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蝎子。公元前三百六十二年秋，黄河西岸的少梁山地，打了一场罕见的恶仗。战事已经结束，秋天的暮色中，红色衣甲的步兵、骑兵已经退到主战场之外的南部山头。 大道旗上的位“卫字尚依稀可见。主战场北面的山头上，黑蒙蒙一片，黑色旗甲的兵团整肃的排列在“秦”字大道旗下，严阵以待，愤怒地望着南面山头的魏军，随时准备再次冲杀。南面山头的魏军也重新聚集成步骑两阵，同样愤怒地望着。 北面山头的秦军，同样准备随时冲杀。血红的晚霞在渐渐消退，双方就这样死死对峙着。既没有任何一方撤退，也没有任何一方冲杀。古地主战场上的累累尸体和丢弃的战车辎重，也没有任何一方争夺，就像两只猛虎的凝视对峙。 谁也不能先行脱离战场。这是一次奇特的战争，没有胜负，两败俱伤。黑色军团由秦献公赢师袭亲自统帅，半日激战中斩首魏军五万。嫡子赢渠梁率死士三百直突敌阵,阵中心，一举俘获了魏军统帅。 公叔痤。按照战国初期的用兵规模和评价标准，这算是一场特大胜利了。出人意料的是，魏军在统帅被俘后，非但没有溃散，反而拼命回卷，力图抢回统帅。秦献公眼见长子赢渠梁的三百死士陷入红色魏军的汪洋大海，情急之下。 长剑挥动，亲自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冲入敌阵接应。两军汇合，士气大胜，赢渠梁一马当先，率死士冲出重围。秦献公断后阻击，眼见要脱离魏军，却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秦献公痛彻心肺，一声低吼，几乎跌落马下。 此时，赢渠梁已经将公叔痤交于后军大将，率死士反身杀回。秦军在赢渠梁率领下大举冲杀，一气将魏军杀退到三里之外。回来再看公父，秦献公背心的箭头竟深入五寸有余，周围已经渗出一圈黑晕。随军太医急得大汗淋漓，却不知如何下手。 秦献公面色蜡黄，伏在军榻，低声道：“屈梁撤军，岳阳。”便昏了过去。是否毒箭？赢屈梁满眼泪光，却没有慌乱。太医急忙点头：“这是魏国的狼毒箭，一时难解。” 敢拔除吗？金箭急射，铁簇深入五寸有余，断不可拔。太医摇头。赢渠梁环视厅中大将，向一员威猛的将领拱手道：“大哥，断剑吧。”青年将领是秦献公的庶出子，赢渠梁的长兄。 叫赢钱，他手中那柄弯月形的长剑极为奇特罕见。听得赢渠梁召唤，他走到功父身后，拔出长剑立定，双手不禁微微颤抖。要知道，剑簇深入肉体，剑杆的受力处便在背心伤口，稍不留神使剑杆晃动，带动剑簇，功父立时便有性命之忧。 况且，魏国的兵器打造的极为精细，长剑杆用上好的硬木制作，又反复刷过几遍桐油大漆，锃亮光滑，寻常刀剑根本难以着力。纵然这柄弯月长剑是神兵利器，可也没斩削过此等剑杆，安知没有万一？赢虔紧张的头上冒汗，内心暗暗祈祷。 天月剑呐、啊，天月剑！救功夫一命了。凝神定力，扬起天月剑，轻轻一挥，只见一道光芒闪烁，剑刃尚未触及，剑杆已被剑气悄无声息的切断。赢前左手极伸，凌空抓住断开的剑杆，再看功夫，竟是丝毫没有察觉。 营前长吁一声，不禁跌坐地上。厅中大将们也同时轻轻的啊了一声。赢渠良镇静如常，吩咐道：“立即办事，谁愿断后？”营前一跃而起，“断后我来，不杀暗箭喂狗。”营前提头来见，“大哥。” 赢渠梁低声道：“公父重伤，目下当以大局为重，不能恋战。敌不追，我不动，坚守一夜，明日立即撤回，万莫意气用事。我在岳阳等你。”赢虔猛然醒悟：“好，大哥知道了，明日回军。”赢渠梁立即吩咐幕府诸将。 前军，子岸开路；长史公孙贾，领中军护卫国军，其余诸将皆随中军护卫。我自率三千骑士殿后。立即拔营班师。众将一声答应，大步出帐。少梁北面的山地顿时紧张忙碌起来。乌云遮月，秋风萧瑟，秦军壁垒。 依然是军灯高挑，刁斗声声。对面山头的魏军也是篝火军灯，一片严密戒备，等着在明日的激战中夺回主帅。魏国军法：主帅战死，将士无罪；主帅被俘，三军大将并护卫兵士则一律死罪。如今，丞相兼统帅的公叔痤被秦军生擒。 不夺回主帅，谁敢撤军？魏国将军们判断，秦人好战，国军受伤后定然是恼羞成怒，来日一定会进行复仇大战，绝没有乘胜撤军的道理。今夜第一等大事是养精蓄锐，明日大战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那时候人们还不大擅长偷营劫寨之类的雕虫小技。 还延续着春秋车战时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正面决战传统。休战归休战，绝少有一方会趁着黑夜休战之机偷袭对方营寨；戒备归戒备，那是大军驻扎的必然形式，魏国军营还是迅速淹没于无边无际的鼾声之中。太阳初升，秋霜晶莹。 魏军埋锅造饭，饱餐一顿后，剩余的八万铁骑出营结阵，准备向秦军发起抢夺主帅的死战。按照规则和传统，秦军也应该结阵而出，双方同时向中央谷地开进，一箭之地时，双方扎住阵脚，主将出马对话宣战，然后发动冲锋，决胜当场。今日事却颇为蹊跷。 秦军营寨，炊烟袅袅，战旗猎猎，却迟迟不见出营结阵。魏军副帅幕下的代理统帅是魏惠王的庶出弟魏昂，实称公子昂，不到三十岁，虽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却自视极高。此刻他身披大红斗篷，在马上遥望秦军营寨，冷冷笑道：“再等半个时辰。” 让那些穷秦做一回饱死鬼。半个时辰过去了，秦军营地还是没有动静。公子昂举剑大喝：“大魏军已经仁至义尽，冲上山去诛杀秦军！”杀！牛角号凄厉长鸣，公子昂一马当先。 红色铁骑潮水般卷上北面山地，片刻间踏破了秦军营地的壁垒屏障。可是，所有的魏国骑士都愣住了，怒吼和杀声骤然冻结，一片可怕的沉默。秦军营地空荡荡，一无长物，土灶埋了，帐篷拔了。 唯有枯黄的秋草和虚插的旗帜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秦军唯一的器物是营寨边缘的旌旗和一堆堆湿柴浓烟。嬴师袭，胆小鬼！公子昂愤怒的吼声在山谷回荡。魏军想不到的是。 秦军主力早已经在入夜时分从容撤退，回到了岳阳。赢前的断后骑兵也在黎明时分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战场。太阳升起时，赢前的五千轻骑已经渡过了北洛水，向西南的岳阳纵马疾驰。魏军纵想追赶，也是为时已晚了。赢钱心急如焚。 不断猛抽，坐下战马，只想尽早赶回岳阳。按照他的心性，一定要打一场硬仗，抓住那个施舍冷箭的魏狗，回去在公父面前祭旗。然，赢渠梁的一番叮嘱却使他悚然警悟，仔细一想，更是后怕。公父重伤，危在旦夕；赢渠梁的太子地位又没有明确。 安置不会在瞬息之间发生昼夜之变。如果没有他们兄弟联手，说不定五十三年前的秦国内乱将会再度重演。秦国从被周平王封为西部诸侯至今四百零八年，极少发生内乱。但是在五十三年前，秦灵公逝世，嫡子赢师席只有五岁。 灵公的叔叔赢卓子倚仗兵权，借口国君嫡子年幼，夺位自立为国君。本该继位的赢师袭被放逐到陇西河谷去了。赢卓子就是秦简公，他在位十五年就死去了。简公的儿子继承了国君，史称秦惠公。秦惠公做了十三年国君又死了，他的儿子继位就是秦出子。 初子即位第二年，左庶长军改发动政变，将初子和太后沉到渭水溺死，迎接被放逐的赢师袭回国都雍城做了国君。赢师袭这时已经三十五岁了，长期远离权力中枢，在雍城的根基已经很是薄弱，但赢师袭却在边陲游牧的粗犷生活中磨练出坚韧的意志和深沉的性格。 并结交了秦军中许多将领。他即位后，决意改变秦国的贫弱国势。第三年，便将国都东迁到岳阳，引起举国震惊。一则是士族上层觉得赢师隰有意摆脱他们的控制；二则是国人觉得离魏国大军的锋芒太近。朝野惶惶的时刻，赢师隰却没有丝毫退却。他祭奠宗庙，慷慨立誓。 东迁岳阳，就是要夺回秦国在数十年中失去的河西之地，将魏国赶回黄河东岸，赶出函谷关。赢世袭的复仇壮志，使秦国军民大为振作，国人同仇敌忾，忠心拥戴；士族上层悻悻沉默。也是，士族能有何理由反对这种顺应民心的复仇壮举呢？ 魏国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后，国力大增，又用吴起做了上将军，对诸侯作战。三十余年间，吴起率领魏国铁骑攻下函谷关，大小六十四战，夺取了秦国黄河以西的五百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函谷关失守，少梁山地的龙门渡口同样失守。 秦国的门户洞开，若非吴起被魏国政敌陷害而被迫逃到楚国，秦国真有可能被魏国吞灭。虽然如此，魏国仍然没有停止对秦国的蚕食。秦国面对魏国的攻势，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秦出子刚一即位，便商议放弃关中，退回陇西。 重新做半农半牧的边陲部落。当此之时，秦献公赢师隰振聋发聩，一扫阴霾，岂能不获得举国拥戴？东迁岳阳以后，赢师隰萧衣干食，励精图治，亲自率领秦国军队和魏国大军展开了长期恶战，二十年中打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仗，竟然很少败绩。 最大的一次胜利是前年黄河西岸的石门之战，一战斩首魏军六万，将魏国人赶出了函谷关，收复了秦国东部门户。那次要不是赵国出兵救援魏军，秦军完全有可能一举收复河西全部土地。石门大捷，天子周显王派遣特使庆贺，赏赐给秦献公一套高贵的战神礼服。 斧符，那是在最名贵的彩丝上绣出青色战斧和黑白神秘图案的统帅斗篷和一套盔甲。这次的少梁大战，秦献公的本意是收复龙门渡口，彻底将魏国人赶出河西。若非秦献公突然中箭重伤，少梁大战就是又一个石门大捷。 秦国有可能一举恢复秦穆公时的大国地位。上天呐、啊，上天！莫非你有意亡秦？心念电闪，一阵凉意渗进赢前的脊梁。赢前的马队是秦国久经锤炼的精锐骑士，是长途奔袭的行家里手。 渡过北洛水后，营前命令一个千人队在洛水西岸埋伏，若魏军万一追来，则半渡击之，迫使魏军撤退。他自己则率领四千轻骑，马不停蹄地向岳阳奔驰。岳阳是岳水北岸的一座小城堡，距离东北方向的北洛水只有二百余里。两个时辰后，岳阳东门的黑色箭楼已经遥遥可见。 再翻过一道山梁，就可进入岳阳城了。这时，营前扎住马队，将他的副将和四个千夫长召到马前，慷慨陈词道：“国军箭伤甚重，生死不明，岳阳城内难保不生变故。为防万一，我决意留下三千骑士，连同落水退回的一千骑士。” 隐蔽驻扎在这道山梁之后，余下的一千骑士随我入城。三日内的任何时候，但见城内升起狼烟，便立即杀入远阳。诸军可有他意？但听将军号令。副将和四个千夫长齐声应命。好。副将警监听令，自即刻起，你便是城外驻军总领。 若岳阳有变，你可持此兵符，调集岳阳之外的任何兵马，包围岳阳，直至新军营渠梁平安即位。景建遵命。年轻英武的副将双手接过兵符，激昂高声道：“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四个千夫长。 异口同声。赢钱慨然拱手。诸君，以我老秦民彦立世，赢钱感奋之志，若国中平安，诸君大功一件，就此别过，后会有期。说完，向身边一个千夫长一招手，随我进入岳阳，快！话音落点。 胯下战马已经电掣而出，身后千夫长长剑一挥，一千轻骑暴风骤雨般卷向岳阳。到得岳阳东门，赢前见城门大开，吊桥长铺，城头安静如常，便知功夫尚在，不由长吁一声，缓辔入城。但是赢前还是多了一层心思。 将马队直接带到国府门外列队等候，他自己手持天月剑大步入宫。赢虔比赢渠梁大三岁，是秦军著名的猛将，虽然性格如霹雳烈,烈火，但却是个极为内明的有心之人。秦献公只有这两个儿子，一嫡一庶，但都视为国家干成同样器重。 秦献公也从来没有明确谁是太子，只是在人们眼中，因为赢渠梁是正妻嫡出，加之气度沉稳、文武兼备，所以自然的认为他是国君继承人。赢虔虽然已经隐隐然是秦军统帅，但却对弟弟赢渠梁钦佩有加，认定他是太子。任何时候，只要公父不在场，一定推出弟弟赢渠梁主事。 而且非常注意维护赢渠梁的威权。当此微妙之时，赢钱自感比赢渠梁年长，责任重大，许多事赢渠梁不好出面，必须由他一力承当，所以才不顾宫门不得驻军的严令，将一千死战骑士留在宫门守望，自己独自携带天月剑入宫。岳阳的宫室很小，也很简陋。 只是一座六进大庭院而已，且不说与山东六国的宫殿不能相比，就是和自己的老国都雍城相比，也是粗朴狭小了许多。唯一的长处就是坚固。赢钱不想在第二进的正室堂遇见国中大臣，他希望大臣们以为他此刻不在岳阳。他绕过正门，从偏门直接进入了第四进寝宫。 他知道，重伤的功夫，此刻一定在寝宫疗伤。果然，刚进偏门，就见院内岗哨林立，戒备异常，显然与城门和宫外的松弛气氛迥然不同。赢渠良手持长剑在院中踱步，看见赢前身影啾啾而入，连忙大步迎上：“大哥。” 你回来的正好，少良没事。没事，威狗们一定在跳脚大骂了。哎，公父如何？精神渐好一些，太医正在设法挖出箭头，你快去看看。走，一起去。不，公父吩咐，大哥一回来立即单独去见他。 赢钱惊讶，这却是为何？大哥，不要想这些，功夫自有道理。你去。好，你等着，有事我即刻出来。赢钱大踏步走进了门槛儿。半个时辰后，赢钱走出寝室，右手用白帛裹着。 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金金细汗。赢渠良惊讶地迎上去：“大哥，如何有伤了？”赢钱微微一笑：“没事儿。落水渡河时蹭掉了一块皮，太医顺便包扎了一番。”赢渠良一怔，正要说话，但见白发苍苍的老内侍黑伯匆匆走来，低声道。 仲公子，君上宣你即刻进见。赢前挥挥手催促道：“快去，我办件事就来。”说罢，急步走了。赢渠梁不及思索，跟着黑伯走进寝宫。寝宫里空荡荡的，太医们一个都不见，母后和妹妹也不在。 秦献公伏在榻上，赤裸的背上盖着一块大白帛，头伏在枕上。素来黧黑的面孔，此刻是苍白潮红。赢渠梁疾步走到榻前，低声问：“功夫。要否太医？”秦献公将大枕挪到胸下，双肘撑在榻上，抬头道。 曲良，这厢坐下，听公父说话。赢曲良答应一声是，便拉过一个木墩，坐到榻前道：“公父，儿臣曲良聆听教诲。曲良啊，公父的路已经走完了，公父。” 原未立你为太子，是想不让你过早招封树敌。母下，你已经过了加冠之年，二十一岁了。公父确认你为太子，即刻即国君之位。不要说话，听公父说完。 秦孝公粗重的喘息了一阵，精亮的目光盯住儿子：“我要叮嘱你三件大事。其一，不要急于复仇。二十年来，秦国已经打穷了，留给你的是一个烂摊子，要卧薪尝胆。” 富国强兵。像公父这样老打仗，不行。其二，要善待臣下，尤其是世族元老，不要轻易触动他们。其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 要兄弟同心，不得交恶。这是我让赢前立的血誓。他若有二心，你可将血誓公诸国人，使人人得而诛之。说着，秦献公拉开榻头暗屉。 拿出一卷血迹斑斑的白帛。赢渠梁双手接过，抖开，血红的八个大字赫然入目：“若负君帝，天诛地灭。”共父。渠梁兄弟素来同心同德，何故如此折磨大哥？秦献公摇摇头。 曲梁谨记。同得意，同心难。大德大节，求同更难。历来宫室内乱，几曾不是骨肉相残？赢钱内明之人，你要倚重他。这谢氏，为防。 万一也，屈良谨记功夫教诲，富国强兵，善待臣下，兄弟同心。若有负公父苦心，儿臣无颜见列祖列宗。秦献公静静端详着儿子，突然嘶声大笑：“好，好，好！功夫在九泉。” 等你，言犹未了，一口鲜血喷出，双手扑在大枕上，溘然逝去。公父<夫>，赢渠良一声哭喊，扑在公父身上。白发苍苍的老内侍轻轻走近，扶住赢渠良，低声道：“太子节哀。” 大事要紧。赢渠梁呜咽起身，精神拭泪，思存有请道：“黑伯，速请钱将军。”秦献公安排后事的时候，一个大臣都不在身边。作为久经锤炼的国君，秦献公当然知道这是安排后事的大忌，自然不会有意如此。 他的本意是想将两个儿子的事安排妥帖，再召见几名重臣元老，申明并布置辅佐事宜。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箭伤骤然发作，夺去了他在最后时刻召见大臣的唯一机会。秦献公骤然死去，国君继位的大事未及公诸士族大臣。 原本简单明朗的朝局，便顿时错综复杂起来。若拥戴赢虔的势力借机发难，第一个疑团目标便是孤身伴军的赢渠梁。同时，大臣们没有任何人接受辅佐重任，也会使权臣疑虑重重，有可能凭空生出诸多变故。赢渠梁冷静思索。 虽则兄弟二人在最后时刻都见到了公父，且兄长赢钱先见，但赢钱见公父时，公父尚在；赢钱走后，自己独对公父时，公父却骤然逝去，无疑对自己不利。况且，公父只是口头声明，尚未给自己留下书写遗命，就猝然去了。若有人借机发难。 非但自己有弑君之嫌，而且发难者可以宣布公父的口书是编造。此刻的关键人物是赢虔，只有他可以力排众议。赢虔无事，则国中无事；赢虔有事，则内乱必生。大哥赢虔究竟会如何？赢渠梁竟然一下子拿不准了。 虽说赢渠梁素来与赢钱兄弟情谊甚笃，但想到赢钱此刻一念实系国家安危，不禁闪过一丝警觉。功夫为何要大哥立下血誓？莫非真有蛛丝马迹，被功夫察觉了？赢渠良脊梁骨悚然发凉。果真如此，局面将如何收拾？ 此刻的正室堂中，秦国的大臣元老们更是等候的焦灼不安，既不知国君伤势如何，也不知国君是否确定了继任人，既要思谋国君伤愈无恙的对策，又要思谋国君崩逝新君即位后自己如何应对。所有这些，都因为国君的伤势不明与楚军的不确定。 而变得扑朔迷离，无从商讨。大臣们都在厅中默默踱步，谁也不知道该商议些甚事。虽然如此，却也没有一个人离开正室堂。稍有阅历的大臣都知道，国君病危期间是庙堂权力最容易发生倾覆的时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巨大变化。 春秋以来四百多年间，这种朝夕倾覆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且不说赫赫威名的齐桓公病危被困而导致奸佞夺权，就是穆下国君秦献公的父亲秦灵公，也正是在刚刚病逝就被兄弟夺位而自立的。所以，大凡国君伤重病危。 国中大臣几乎无一例外地推开一切国事，寸步不离地守在距离国君最近的位置；包括在外领兵的统帅与地方大员，只要有可能，同样都尽可能地赶回国都，守在中枢要地。庙堂权力的变数愈大，朝臣们的心弦绷得就愈紧。这种躁动与紧张，要一直延续到新君确立。 形势明朗，方有可能结束。目下，秦国的大臣们正处在这种焦灼不安之中。长史公孙贾有意无意的踱到尚大夫甘龙面前，拱手问：“尚大夫，可有见教？”尚大夫甘龙白发苍苍，清瘦矍铄。 是国君倚重的主政大臣，门人故吏遍于秦国朝野，可是，在这最紧要的关头，竟未被召进寝宫，而是和所有大臣一样，只能在正室堂守候，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变化迹象。长史公孙贾请教，显然是想探听甘龙对这种变化的反应。 潘龙却是淡淡回答：“长史常随国君，有何见教？”这是一个微妙的反击。长史执掌国君机密，是左右亲信，然此时也在正室堂，这比主政大臣在危急时离开国君更为异常。公孙贾请教，显然是受不了内心紧张的折磨。 甘龙淡淡的反诘，却分明表示出一种言外之意：不用试探，你比我更心虚。这使公孙谷感到尴尬，只好拱手笑道：“公孙谷才疏学浅，何敢言教？”大臣们正在紧张焦躁，想听谁说点什么。 见上大夫甘龙和长史公孙谷两位枢要大臣对话，纷纷聚来，却又无从问起。此刻，像国君伤势如何，楚君会是哪一位这样的问题，决然不能问，那意味着问话者有二心。所以，大臣们虽然围拢了过来，却都只是默默地看着甘龙而已。不料，甘龙此刻却没有沉默。 他向围过来的大臣们拱拱手，高声道：“上天佑护秦国，国军建商已经大有好转。我等大臣当共商大计，上书国君，大举复仇，讨伐魏国。”真是高明老道，既避开了忌讳，又给了大臣们聚集政事堂一个最好的议题。 大臣们如释重负，纷纷呼应：“上大夫所言极是，该当讨伐魏国，收复少梁，对为国君报一箭之仇。”话题一开，大臣们顿时活跃起来，三五成群的纷纷开始议论少梁之战，同时以各种巧妙的方式试探着其他人的回应。正在这轰轰嗡嗡的时刻，一对铁甲武士。 踏着整齐沉重的步伐，开到正室堂外，铿锵列队，守在门外庭院，盔甲鲜明，长矛闪亮。带队将军正是营前部的大将子岸。正室堂骤然沉默，大臣们额头冒出了晶亮的汗珠，张口结舌，相互目询：莫非国君骤然崩逝了？ 赢钱要夺位自立，果真如此，大约没有谁能够阻挡。赢钱虽然不是名正言顺的秦军统帅，但他率领的五万骑兵几乎就是秦国的全部精锐。加之赢钱体恤士卒、善待将领，又是身先士卒打恶仗的猛将，在军中威望极高。他要夺位。 赢渠梁还真难找出一支力量来抗衡。非常时期的权力对抗，最见真章的就是看谁握有重兵。赢渠梁虽说也是智勇兼备的骁将，但毕竟在军中资望尚浅，且经常辅佐国君政务，与赢前直接掌握精锐骑兵是不能相比的。兄弟俩真要刀兵相见，秦国可就大难临头了。 一时间，正室堂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贾氏列队方完，又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营前手持天月剑，率领两排带剑将领大步走进正室堂。营前一摆手，顶盔冠甲的将领们在正室堂后边肃然站成两排，个个双手拄剑，沉默挺立，恰似两排石雕武士。 迎前则往正室堂大门口一站，高声道：“朝臣列班就坐，听候国君书命。”大臣们迟疑缓慢的按照往常排位序列，坐入自己的案几前。刚刚坐好，老内侍黑博带着两名年轻内侍走进正室堂前方正中央。黑博从小内侍捧着的铜盘中。 拿过一卷羊皮，展开，高声念道：“秦国臣民人等，少梁之战，本宫见毒重伤，自感无期，立众公子赢渠梁为太子，继任国君。国中臣等许竭力辅佐，有二心者，人人得而诛之。赢师袭。” 二十三年九月十六，随着黑伯的念诵，大臣们又是疑云大起，竟然一片沉默，连惯常的领命呼应都没有人敢开口。从诏书看，国君已经崩逝无疑。然则，国君若果真是如此清醒，册立储君这等大事。 却为何没有一个大臣知晓？再说，赢钱也始终没有正面表态。万一其中有诈，是赢钱的试探手段，积极呼应诏书，岂不是力惹杀身大祸？不呼应，不说话，至多是不敬之罪，且法不至重，至多贬黜左迁罢了。若不小心出头领命，惹恼赢钱。 那可是祸及九族的大事，后悔也来不及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正室堂便出现了昭示国君诏书后从来没有过的奇怪沉默。沉默中，正室堂响彻营前粗沙的声音：“恭请新君即位。”随着喊声，两名内侍前导迎渠梁。 一身布衣，头戴黑玉冠，从容进入正室堂。大臣们又是惊愕，又是迷惑，深深的恐惧和疑虑还在延续，竟然期期爱爱的忘记了拥立新君的大礼，还是一片沉默。正室堂陷入大为尴尬的局面。骤然间，营前脸色变得铁青，高声怒道：“国君一命！” 新君即位，谁人不从？有如此时，大步回身，天月剑青光闪烁，无声地拦腰掠过正室堂门前的一根石柱。赢前冷笑一声，左手一挥，石柱上半截“咚”的一声大响，摔在台阶上，滚落院中。石柱下半截平滑如镜的切口，闪着青森森的光芒，令人不寒而栗。 两排将领齐声高呼：“拥戴新君，万岁！”政事堂大臣们这才从惊惧、怀疑的噩梦中醒悟过来，参差不齐的伏地高呼：“恭迎新君即位，新君万岁！”上大夫甘龙高呼：“迎前将军拥立有功，将军万岁！” 大臣们忙不迭地跟着高呼：“赢钱将军万岁！”赢钱大怒一声：“岂有此理！赢钱如何与国君并论？若在非礼，赢钱无情。”郑世堂立时肃然沉默。经过这几番验证，大臣们已经明白无误地清楚了大局不会动荡。 赢钱是真心实意的辅佐弟弟赢渠梁继任国君，但是新君没有说话，大臣们还是一片沉默。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将如何动作，谁也不摸底细，贸然开口，吉凶难料，还是等待为好。赢钱走到前边，深深一躬，高声道。 请新君宣誓国策。赢渠梁一直站在中央国君座前，坦然自若，丝毫没有局促慌张。此刻，他平静清晰的开口道：“诸位大臣，公父骤然崩逝，赢渠梁受命继任国君。当此危难之际，本宫深明朝野。” 其一，国中大臣各司其职，一律不动，国政仍由上大夫甘龙统摄。其二，赢前将军少梁之战有大功，升迁左庶长，总领秦国兵马。其三，由上大夫甘龙、长史公孙贾，主持公父之国丧大礼。大臣们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齐声高呼。 臣等遵命。赢渠梁走到甘龙面前，深深一躬。尚大夫年迈苍苍，又做国丧大臣，赢渠梁深感不安。国丧期间，若有滋事生乱者，尚大夫请行生杀予夺之权。甘龙感到振奋，躬身颤声。 老臣受先君大恩，又蒙君上重托，敢不从命？赢渠梁环视正室堂，高声道：“其余诸事，按既往成规办理。”散朝。大臣们既有国丧哀礼的制约，又有对新君即位国策的兴奋激动，却既不能喜形于色。 也不便于此时大放悲声，于是便以职权范围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肃然正色地商议起国丧期间必须做的诸多事情。赢渠良却已经离开了正室堂，匆匆赶往岳阳西南的骊山军营。他要办一件大事，在他看来。 这件事甚至比安定朝臣、国人还重要。他只带了黑伯和一百名与他经年并肩作战的铁甲骑士，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骊山军营。这时天色已经暮黑，也是刚刚赶回军营的前军主将子岸出来迎接时，惊讶莫名。君上刚刚即位，如何便离开岳阳？子岸，公叔痤。 如何？赢渠良？没有理会子安的惊疑。老匹夫，哼！一句话不说，一口饭不吃，牛顽得很。该拿他在先君陵前祭旗。子安气狠狠地报告：“带我去见他。”赢渠良简洁命令：“公叔痤被囚禁在骊山军营的山根石屋里。” 他是魏国二十多年的丞相了，自吴起离开魏国，他便时不时兼做统帅，领兵出征。他打败过韩国、赵国、楚国和韩赵联军，也算得当是文武兼备的赫赫人物。可就是在与秦国的大战中两次惨败，一次是三年前的石门之战，丧失六万，丢失函谷关。 再就是这次少梁之战，竟然莫名其妙的做了秦军俘虏。他已经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了，自感少梁之战一世英名付之流水，羞愤交加，不说话，不吃饭，不喝水，他要饿死自己，渴死自己，为自己的无能赎罪。连续三天的自我折磨，他已经苍白干枯的在草席上气息奄奄。 当囚室的石门隆隆推开时，他眼睛也没有眨一下。公叔丞相，赢渠梁有礼了。赢渠梁向蜷卧在墙角的公叔痤深深一躬。公叔痤闭上了眼睛，既没有坐起来，也没有开口应答。他钦佩这个生擒他的年轻将军。 可是，不愿意和他在这种场合对话。子岸气得大声吼道：“老公叔，这是秦国新军，你敢牛丸？”公叔痤微微一动，依然没有睁眼，也没有开口。赢渠梁拱手道：“公叔丞相，请勿为少梁之战羞愧，这一战我们谁也没有赢。” 老丞相虽然被擒，我的公父也被你军冷箭所伤，猝然崩逝了。认真说起来，魏国还算是略胜一筹。丞相以为如何？公叔痤不禁惊讶的瞪大了眼睛。赢师袭这个令人生畏的劲敌死了，真的吗？果真如此。 自己连自杀的可能都没有了。依秦人习俗，一定要在秦献公陵前杀掉自己，祭祀国君的。能与劲敌赢师袭同战而死，也算得其所在，又有何憾？心念及此，公叔痤冷冷一笑：“既然如此，公叔痤的人头就是你的了。何时开刀？” 老丞相诧异：“赢渠梁不是杀你，是要放你回安邑。”公叔痤哈哈大笑：“赢渠梁，休得嘲弄老夫，士可杀不可辱也。”赢渠梁正色道：“赢渠梁何敢轻辱前辈？放老丞相回归魏国，乃赢渠梁一片苦心。” 秦魏激战多年，生民涂炭，死伤无算。赢渠梁继任国君，图谋秦国庶民安居更睦不想两国交恶。赢渠梁素知老丞相深明大义，欲与老丞相共谋两国休战歇兵，不知老丞相意下如何？秦公果然不计杀父之仇。 公叔痤迷蒙混沌的老眼渐渐明亮起来。复仇为私，合战为公。赢渠梁若非真心，甘受上天惩罚。公叔痤打量着面前这个神色肃然的青年君主，觉得他竟有一种令人折服的真诚、坦然与自信。 一句话便公私分明，将大局料理清白，不禁暗暗赞赏。与秦国罢兵是他多年的主张，无奈秦献公连年攻魏，发誓要夺回整个河西，不想打也得奉陪了。在他这个魏国丞相看来，秦国被压缩的已经可以了。 魏国的真正劲敌是东方崛起的齐国与南方的楚国，老是被秦国缠住不能脱身，实在是魏国很头疼的一件事。每与秦国作战，他都不赞同上将军庞涓领兵，怕的就是庞涓对秦国赶尽杀绝，与秦国的血仇越结越深。他很了解老秦人的彪悍顽强，认定。 这个在狄戎部族包围中拼杀了几百年的部族诸侯，绝非轻易能够消灭的。能够将秦人压缩到荒凉的一隅之地，应该就满足了。魏国的目标是中原沃土，而不是西陲蛮荒。但经过石门之战与这次少梁之战，他却觉得这种罢兵愿望似乎根本不可能。秦献公好像一个疯子一样仇恨魏国。 有他在，魏国是无法摆脱这种纠缠的。被俘这几天，他已经思谋妥当，自己自杀殉国，荐举上将军庞涓与秦献公决,决一死战，彻底解决与秦国的连年纠缠。然则骤然间竟是峰回路转，秦献公死了，秦国新君主主动提出罢兵休战，岂非天意？ 老公叔一时感慨中来，好，老夫信你，一言为定。只是这疆界却不知秦公如何打算。以石门之战以前的疆界为定，河西之地还是魏国的。哦，秦公不觉吃亏太多，公叔痤大为惊讶。 不禁靠墙坐起。二十年后，我会夺回来的。赢渠梁一字一板：“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赢渠梁微笑：“老丞相，该进食了吧？”公叔痤豪爽大笑：“然也，吃饱了好上路。” 且慢，赢渠梁笑道：“老丞相徐徐将息，三日后，赢渠梁派人护送老丞相回安邑，不言俘获，而是魏王特使。”公叔痤又一次惊讶，不禁挣扎起身，笑道：“秦公，老公叔阅人多矣，以公之气量胸怀，数年之后。” 必大出于天下。赢渠梁恭敬的拱手作礼。渠梁才疏学浅，如何敢当老丞相加冕？公叔痤仰天叹息：“只可惜老夫来日无多，不能和英杰并世争雄了。” 一阵抚掌长笑，竟昏倒在地。三天后的清晨，赢渠梁亲率三百铁骑，护送着一辆青铜摇车，驶出函谷关。白发苍苍的公叔痤在函谷关外和赢渠梁殷殷道别，向魏国都城安邑疾驰而去。秋霜白露。 草木枯黄，赢渠梁站在函谷关城头，凝望着远去的遥车。那面鲜红的“魏”字大旗已经与天边的原野融在了一起。他依然伫立在那里，任凭寒冷的秋风吹拂着自己。按照战国之士的规矩，一个两次兵败的大臣是很难继续掌权的。 即或公叔痤使魏国两朝元老，深得魏惠王倚重，这丞相之位也未必能保。果真如此，秦魏罢兵的合约岂非空言？而如果魏国继续对秦国用兵，秦国能支撑多久？赢渠梁很清楚，公父连年对魏国激战。 本意是想夺回河西后，再封锁函谷关，休兵养民。可是秦国越打越穷，河西五百里土地还是没有夺回来。秦国如何再打得下去？这种战争对于魏国这样的富强大国，纵然失败几次也无伤元气。可是秦国不行，秦国已经经不起再一次的失败了，辎重耗尽了。 存粮吃光了，精壮男子死伤的几乎无人耕田了。再有一次失败，秦国就真的退回陇西河谷，重做半农半牧的部族去了。当此之时，秦国虽然表面上打了两次大胜仗，但国力却到了崩溃的边缘，成了经不起一战之败的风中纸鸢。 在刀兵连绵的战国，这是极为危险的最后境地。若能罢兵数年，缓得一缓，秦国也许还有重振雄风的希望；否则，秦国将从战国列强中消失。目下又是国丧，朝局未安，若魏国趁内乱而来，岂非灭顶之灾？赢渠良。 觉得肩上担子如大山一般沉重。如果罢兵成功，函谷关月内就要重新交割给魏国。自从秦部族立为诸侯国，多少年来这函谷关就是秦国的国命之门。有函谷关在手，秦人就坦然自若。 丢失函谷关，秦人就像袒露胸口迎着敌人的长矛利剑一般，举国紧张不安。如此命脉一般的函谷关，公父与秦人浴血疆场夺了回来，自己却又交给了魏国，那些士族元老能答应吗？朝野国人能理解吗？ 虽然赢渠梁是深思熟虑的，认为唯其如此，才能使魏国觉得不动刀兵而重占河西是一个巨大的利事，才有可能放秦国一马。如原地现状罢兵，那是几乎没有可能的。魏国绝不会在两次大败后让秦国封锁休养。虽然如此，但毕竟函谷关对秦人太重要了。 国中臣民，能接受吗？上天哪，上天！莫非秦国要亡在我赢渠梁手？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一章，六国谋秦。暮霭沉沉，大河上下一片苍茫。在刀兵连绵的岁月，这正是晚号长明城堡关闭的时分。坐落在黄河北岸的魏国都城安邑，却打开已经关闭的南门。 又隆隆放下吊桥，放出了一对没有任何旗号的铁甲骑士和一辆青铜摇车。暮色苍茫中，这队人马越过山地，飞驰平原，在朦胧月色下，从孟津渡口摆渡黄河，上得南岸，便乘着月色星光，向苍茫大平原上的著名都会大梁城飞驰而来。 此刻的大梁城，正沉浸在浓浓的兴奋与狂欢之中。大梁是魏国的第一大城，与大河北岸的都城安邑遥遥相望。虽说不是都城，大梁的城池规模与街市气势却比安邑大得多。论地利之便，大梁地处丰腴的平原，北临黄河，南依庞泽大湖，水路。 陆路四通八达，变成了中原地带最大的物资集散地。魏国当年之所以没有将大梁作为都城，仅仅是因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魏氏势力范围内的南部平原尚是贫瘠荒芜的原野，大梁还只是一座小城池，而当时的安邑却是魏氏的势力中心，地处黄河汾水交汇处。 农耕发达，城池坚固，自然便做了都城。不想自魏文侯启用李悝变法，尽地利之教，全力在黄河南岸发展农耕，大梁大大的得了一回天时地利与人和，竟是迅速富庶了起来。随着农耕兴旺，工匠、商贾也纷至沓来。 大梁在一百多年间蓬蓬勃勃的变成了水陆大都会，重筑大城池，工商云集，店铺林立，形成了天下第一大市——卫士。更兼列国名士纷纷前来定居开馆，文风昌盛，私学大起，隐隐然变成了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虽则如此。 大梁人心里总觉得缺少点东西，尤其见了安邑人，总是心里酸酸的，不是个滋味儿。安邑是王城，是国都，纵然不比大梁富庶文华，却自有一种王城国人的优越感，动辄便是天下大事如何如何的高谈阔论。 或是近日魏王赏赐上将军六进大宅，前几日丞相纳了一名美妾等王侯将相的隐私一文。大梁人听得一边羡慕一边泛酸。大梁人可以在任何外地人面前高谈大梁的享受讲究和精到极致的生意经，但就是在王城安邑人面前羞于开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财富与享受。 如果远离权力，人们只会说你是个富商而已。说到底，大梁人缺的是一种贵气，富而不贵，心里总悻悻不是滋味儿。然而，越狱之前，魏王特使带来的一道王书，却使大梁人看到了富贵双至，在安邑人面前挺起腰杆儿的希望，全城沸腾了起来。魏王特使的眩谕是。 以魏国为盟主的六大国会盟将在庞泽之畔举行，大梁城定为六国会盟的后援基地。大梁要迅速在庞泽大湖边修筑起六国兵营和六国行辕，在这里囤积大梁佳酿，云集大梁美女。如果仅仅是这样，自然还不会使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激动起来。要紧的是。 几乎就在同时，安邑商人酸酸地传过来一则王宫秘文：魏王喜欢大梁，所以在庞泽会盟是有意将国都迁往大梁城。旬日之间，秘文不胫而走，人人都在兴奋地议论。随着安邑商人不断地向大梁转移财产，和各国商贾的探寻证实。 大梁城的兴奋、激动，终于蔓延成了狂欢。谁也不知道何时何人开的头，原本中夜收市的夜市，变成了彻夜大市。各色酒肆、饭铺、灯笼高挑，幌旗招摇，高谈阔论与喝彩之声溢满街市。原本是盛典大节才举行的社舞，也涌上了长街。 那由四十多个壮汉抬在特大木车上的射神雕像缓缓行进，和善的看着在他脚下狂欢劲舞的彩衣男女，总角小儿也一群群拥上街头，又唱又跳。外商们则站在街边檐下，兴奋的指点议论，或面带微笑的听身边老人感慨的评价大梁的民俗和射务的优劣。 起先，最令外商们心跳的是，大梁的所有物价都大跌五六成，有的甚或跌了八成。每家铺面前都高高挂起大幅红布，上书一个“欢”字，下面便是跌八或跌五、跌六。外国外地商人们心惊肉跳，但又不能开罪于天下第一水陆大事的父老，只好随行就市的跌四、跌三。然则， 令外商们惊讶的是，大凉人根本不屑于趁此喜庆之日抢占小利。他们彬彬有礼地走进大店小店，只买些喜庆之物或酒食甜饼之类。就是这样，也是尽量在大凉人开的店里买，极少光顾外国商人们和外地商人们的店面。一时间，外国外地商人们倾慕不已，相顾惊叹，文哉大凉。惊喜之余。 不知哪国大商带头，外商们竟是大跌九成以谢大梁父老。一家齐国大商竟然将喜庆之物与酒食甜饼摆在店门口馈赠世人，一天却没送出去几件。外商们既惭愧又高兴，便将店面生意交给账房先生们看管，纷纷走上街头与大梁人同欢。在大梁的狂欢喜庆中。 唯独一个地方冷清如常，这就是上将军庞涓的行辕。庞涓和他的马队于四更时分到达大梁城外，城中的狂欢喜庆使庞涓感到意外和惊讶。六国会盟是一件实实在,在在的大事，需要尽量的秘密进行。如今被大梁张扬铺排的惊天动地，有何秘密可言？ 一时间，他感到大梁人很是浅薄，令人厌恶，断然拒绝了大梁首请他从正门入城接受万民拜迎的恳切请求，命令打开城外秘密通道，隐蔽进入城内事先准备好的上将军行辕。进入行辕的第一件事，庞涓便派人打探城中各种传言，他要知道，六国会盟的秘密究竟泄露出去多少。 及至各路密探在一个时辰后报齐，都说大梁人庆贺的是迁都消息，几乎没有人议论六国会盟。他才长长松了一口气，仔细一想，却又感到疑惑不解。迁都大梁是何等重大的国事，他身为上将军，何以竟然一无所知？谁提出的立即迁都？魏王何时赞同的？为何不预告于他？ 一时理不出头绪，他也不再纠缠。他相信，如此重大的国事总是绕不过他这个手握重兵的上将军，迟早一切都会明白，瞒他的人也会付出代价的。幕下最要紧的是准备六国会盟。五谷时分，庞涓已经在大铜镜前梳洗完毕，一身细软干爽的贴身白绢衣裤。 使他觉得分外舒适。喝下一陶碗肉羹，他轻轻的咳嗽一声，贴身侍卫便捧进了上将军的全副装束。这是一身用上好精铁特殊打制的甲胄，薄软贴身而又极为坚挺，甲叶摩擦时便发出清亮的震音。还有一顶青铜打制的上将头盔，一尺长的盔毛在烛光下熠熠生辉。 径直五寸的两只护耳，弧度精美，耳刺光滑异常。再就是一件等身制作的丝质大红披风，一经上身，光洁垂平，脖颈下的披风扣便大放光华。穿戴完毕，铜镜中立即出现了一个威严华丽且极具气度的上将军。庞涓稍事打量了一下自己。 抚摸了一下披风扣上的两颗大珠，却微微皱起了眉头。作为战阵大将，他很不喜欢这种浮华招摇的东西。但这是他被拜为上将军时，魏王亲自赏赐的。两颗当做披风扣的海珍珠是魏惠王的心爱宝物，这身甲胄则是魏王派专使在大梁著名的作坊定制的。 这一身装束可真是价值连城，除了魏国，大约哪个诸侯国的上将军都不会拥有这样豪华名贵的衣甲。对于魏王的特意赏赐，如果在六国会盟这样的重大场合不装束起来，魏王肯定会不高兴的。当今的魏国大臣中，只有丞相公叔痤和他这个上将军得到了这一特殊赏赐。 酷爱珠宝名器，且又特别讲究衣着威仪的魏王，能不在意吗？装束停当，庞涓摘下剑架上的金鞘长剑，低声威严的命令：“护卫十名，随我从小街出南门；三千铁骑走大街，五十赶到庞泽。”遵命。侍立在大帐外的军务司马。 答应一声，疾步走出。庞涓走出大帐时，他的三马摇车已经轻快地驶到帐口，十名铁甲骑士也已经整装上马，立于车后。庞涓走到车前，右手一搭车轼，利落地跃上摇车，挺立于六尺青铜车盖下，剑鞘轻轻一点，摇车便淋淋驶出行远。 因为大梁的喜庆和六国会盟关联不大，庞涓对大梁人的厌恶也消退了许多。他决定不再从密道出城，而是直出南门，顺便看看大梁人的狂欢情景。他相信从小街走，又是黎明时分，耽搁不会太大。按照大梁人惯于夜生活的风习，清晨时分正是安睡之时，街上行人最为稀少。 但庞涓没有想到，今天这条无名小街竟然也是火把成片，人头攒动，设舞鼓乐，热闹非凡。庞涓在高高摇车上，眼见人头火把望不到尽头，微微皱眉，沉声命令：“改道。”但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上将军，上将军到了！上将军是国家干城，给上将军让道！” 一个白发老人在射武队列中高声大喊，连连挥动手中的红色小旗。街心参与射武的男女老少和蔓延到街边的看射武人众，呼啦啦向两边闪开。“魏王万岁，上将军万岁！”之声喊成一片。亲见大梁民众如此敬重自己，庞涓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热流。 虽说他没有提出立即迁都，但他却是魏国上层主张迁都大梁最坚定的一个。精明灵通的大梁人岂能不知？然则，大梁人绝不会公开喊上将军为恩公，而只喊上将军为干城。就是连续不断的狂欢，大梁人也只是高呼“魏王万岁”，“魏国大业，大梁当先”。 没有一个人喊出埋藏于内心的真正冲动。大梁即将成为王城。庞涓自然明白其中道理，但却对大梁人的狡黠老道总有一丝不安与不快。数十万市井之民如此默契的借机宣情，如此忍耐的在狂欢中深藏不露。 这在目下战国大都会中，决然没有第二个大城庶民可以做到，包括齐国临淄和魏国安邑。面对这样的民众国人，庞涓总有不踏实的感觉。他本来想对敬重他的大梁父老们说上几句热情的敬谢话，但这种不踏实的感觉却使他紧紧地抿起厚阔的嘴唇，脸上一片庄重。 他在摇车上拱着双手，不断向两边民众作礼，在欢呼声中，林林驶出了大梁南门。清晨卯时，庞涓到达庞泽，他的摇车指使魏国营区的上将军幕府，匆匆吃下一顶庞泽黄羊肉，便到会盟行园区做最后一遍视察。明日。 六国的国君便将陆续到达，一切差错都要消灭在今天。本来这会盟营区是由掌管地方民治土地的都司徒府督察，由大梁首具体实施建造的。大梁对这件事的兴奋与重视，应该是没有差错。但庞涓还是不放心。庞涓太清楚这次会盟成功对于他这个发端者的重要性了。说起来。 六国会盟是他向魏惠王提出的，总体方略也是由他秘密制定的，就连会盟的地点、时日也都是他提出的。魏王对他提出的具体谋划几乎是全盘接受。如果成功实行，庞涓就将是魏国霸业的奠定者。从近处说，他至少将成为魏国的丞相兼上将军，名副其实的出将入相。 一改与公叔痤将相分权的局面。从远处说，他将远远超过名将吴起在魏国建立的勋业。若魏国统一了天下，那他毫无疑问将名垂千古。庞涓想得很深、很远，也很细，他绝不允许六国会盟出一丝一毫的差错。正因为如此，他禀明魏王，自领三千铁骑，星夜奔赴大梁。 做最后的督查。一整天巡查的结果，虽然查出了几处小纰漏，但总算没有大的差错。庞涓还算满意。他以上将军名义赏赐给大梁守三名技击武士做护卫，大梁守诚惶诚恐的接受了，立即向上将军献上十名大梁美女和十桶大梁美酒。庞涓坚决回绝。 并严厉斥责了大梁手，私自动用会盟舞女和会盟王酒。大梁手慌得打工不迭，连连辩解说，舞女和美酒绝非官品，只是受大梁父老的重托而表示的一番敬谢。既非官品，即刻返还大梁父老。下去。庞涓的声音没有透出一点表情。是是是。大梁手一看庞涓冷若冰霜。 忙不迭擦着汗退出幕府。庞涓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影响谋划。用罢晚餐，他将上将军府掌管文书的三名大主书与掌管杂物的八名少庶子全部召来，秘密布置他们以会盟执事的身份，分别加入到五国君主的侍从行列，探听五国君主的动态。庞涓特别严厉地叮嘱。 任何重大消息只能向他单独禀报，否则杀无赦。分派完毕，大主书立即发下执事吉服和出入令牌，个人便出帐准备去了。庞涓松了一口气，信步踱出帐外。已经是月上中天了，虽是初夏，庞泽水面吹来的风还是略带寒意。 庞涓望着一天星斗与庞泽岸边的连绵灯火，油然生出一腔感慨。他已经出山三年了，虽然打了几场还不算小的胜仗，但在刀兵频仍的战国，还远远达不到名动天下的地步。必须有一举牵动天下格局的功业，才算真正达到了名士的最高境界。譬如李悝在魏国的变法。 一举使魏国成为超强大国而举世闻名，譬如吴起，除了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还是执政变法的名臣。只有这样的名士，才是庞涓的人生目标。他常常觉得自己的才能与吴起相似，既是兵家名士，又是治国大才，该当是出将入相、天下敬畏的摄政权臣。也许正因为对此如此评价。 正因为有如此远大的目标，庞涓的目光从来都没有仅仅局限于兵士，从来都没有满足于做个能打胜仗的带兵将领。他对治国权力、对涉及天下格局的邦交大事更为关注。一个既能够统帅三军、驰骋疆场，又能够谋划长策、捭阖于天下诸侯之间者，方得为真名士也。这一切。 都将因为六国会盟的实现而使庞涓迈出第一步，尽管很艰难，但庞涓是满怀信心的，他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改变老师对他当初的评价。庞泽的清晨分外壮美，浩渺的水面在火红的天幕下金波粼粼，一轮红日涌出水天相接处，山水风物。 顿成蒙蒙红色剪影，苍茫苇草翻滚着金红的长浪，连绵不断的各式军帐、战车、翻起矛戈结成的壮阔行营环绕水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悠扬沉重的号角伴着萧萧马鸣此起彼伏。岸边官道上，一骑红色快马飞驰而来，在苇草长波中宛如一叶飞舟。 庞涓刚坐在长案前准备开鼎用餐，就听见大帐外骏马嘶鸣。他微微一怔间，帐口护卫已经高声宣呼：“安逸信使到。”未及庞涓站起，信使已经匆匆进帐，从背上抽出一个铜管，双手捧起禀报：“魏王急命，教上将军开启。”庞涓拱手接过铜管，拧开顶端铜帽。 抽出一卷羊皮，打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庞涓我卿，公叔丞相有疾难行，今着庞涓我卿为特命王使，以代本王迎接五国君主，遇商会盟事项。”八年四月初六，庞涓心中涌起一阵冲动。 面上却是不动声色，道：“请告我王，庞涓当鼎力维持，不负我王。”说着，拿起公案上的一支六寸长的青铜令箭，交给信使作为回执。信使拱手道：“回执如信，本使告辞。”大步出帐，上马疾驰而去。庞涓握着羊皮，高声命令：“悬挂特使道旗，备车出巡。” 半个时辰后，庞涓幕府外面两面大道旗迎风舒展，一面大书“六国会盟特使庞”，一面大书“魏国上将军庞”。百名铁甲骑士护卫着一辆青铜摇车，凛凛驶出帐外。摇车前三名骑士护卫着一面“六国会盟特使庞”的红色大旗，组成了迎接会盟国君的特使仪仗。 中军司马一声高报，庞涓身着华贵的上将军甲胄，外罩光芒四射的大红披风，大步走出军帐。身后是一名红色长衫的主书，手捧一柄金鞘长剑，当先跃上摇车原木，肃然站立。庞涓服侍登车，低声命令出巡。大旗当先，摇车发动。 仪仗队从容向会盟营区出发，庞涓遥望形圆相连的广阔营区，一种豪情油然而生。上天对他真是庇护极了，恰恰在他最需要公叔痤消失的时候，公叔痤就突发恶疾。若非天意，真是没有解释。六国会盟原是庞涓一手策划的。 可就是因为公叔痤是老丞相，总设国事，硬是挤进来做了魏惠王的会盟特使，代表魏王迎接五国君主，并事先磋商六国盟约。庞涓内心对此事一百个不服气，一百个不放心。六国会盟本来就是针对公叔痤提出的“魏秦罢兵”谋划的，如何能让这个老迈无能的权臣搅进来？少梁大战。 公叔痤本来是被秦军俘获的，然却鬼使神差地与秦国达成了罢兵合约。庞涓坚决反对，力主对秦国继续用兵，一战根除这个心腹大患。但是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与秦国议定的罢兵合约对魏国大大有利，不用打仗便重新占领了秦国的河西五百里，何乐而不为？公叔痤也算将功补过了。 庞涓自然拗不过国王、丞相的一致主张，便谋划出六国会盟这招妙棋，要借六国之手灭掉秦国。魏惠王对庞涓的谋划也是大加赞赏，魏国既未赴约，又得到了更大的利益，何乐而不为？然则如此一来，公叔痤大大的不高兴了，竟直谏魏王，斥责庞涓是使魏国失信于天下。 魏惠王哈哈大笑一番，没有理睬公叔痤的劝谏。老公叔无奈，便硬要挤进来参与六国会盟。庞涓极力否定，魏惠王却笑着答应了，气得庞涓直骂老贼可恶，埋怨魏王懵懂。公叔痤有何才能？论将兵打仗，一败于石门，再败于少梁，却老着脸皮把着相位不松手。 若非庞涓收拾局面，一败楚，再败齐，三败赵韩联军，魏国只恐怕丢尽脸面了。论治国，公叔痤恪守理亏无起的法令，三十年不做任何变通，眼见魏国府库见空，也是束手无策。这样的昏聩老人，做了一回俘虏，竟然还高居他庞涓之上，做总摄国事的丞相。 魏国能重振霸业、统一天下吗？但这种官场上的不公平，庞涓是不能公开理论的。虽然庞涓是立足实力竞争的名士，也必须忍耐，必须等待时机。目下，正当六国会盟、扭转战国格局之际，老迈无能、偏又喜欢搅和的公叔痤，竟然突发暴疾。 岂非上天有眼，给予他庞涓一个大大的机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庞涓真要相信这句老话了。既然做了名正言顺的会盟特使，庞涓就要将会盟礼仪搞得非同凡响。本来，他向魏王提出了一整套接待方略和会盟规格。 偏偏公叔痤不以为然，说是不能叫五国感到魏国有霸气，此等迂腐之见，根本不解六国会盟的真正意图。魏王不置可否，庞涓也不好执意反对。今日绊脚石自动让道，庞涓的勃勃雄心陡然重新振作，决心将会盟形势恢复到以魏国为轴心的格局上来。他知道。 魏王其实是很赞成他的。作为一个国王，谁不想称霸天下、主宰别人命运？只不过魏王不像他的父亲魏武侯和祖父魏文侯那样的铁腕君主，往往在遇到此一可、彼一可的选择时，就会失去主见，听任办事臣下的左右。公叔痤病了，他庞涓的主张没有人反对了。魏王。 更不会拒绝做天下霸主，还有何理由不放开手脚？庞涓的第一个动作是将六国行员的位置重新排列。公叔痤原来安排的是六国行员排成环形，不分尊卑主次。庞涓下令，将六国行员的位置变成方形，魏国坐北面南，独居盟主尊位，东侧。 为齐、赵两国西侧为燕、韩两国，楚国是仅次于魏国的强国。行元在南面和魏国遥遥相对。第二个动作是按照这一格局改变会盟大帐内的王座位置，同样将环形座次变成了方形座次。为了快速有效，这两项急务，庞涓都没有让大梁首率领民夫完成。 而是由他训练有素的一千精兵去做。日上三竿时，大格局的改变便已经全部就绪。庞涓的第三步，是派出了他的两千铁甲骑士，在行辕区外的大道上排列成一里长的甲士甬道，两旗一组，一面红色大旗，一柄青铜大斧。行辕区外，红旗招展，斧钺生光。 声威比原来壮阔了许多。就在庞涓的摇车做最后的巡查时，一骑探马飞进大营禀报：韩国君主韩昭侯带领一千卫队并随从大臣已经进入行园区大道。庞涓从容命令：韩侯车驾进入行园外一箭之地，鼓号齐鸣，出营。 当庞涓的特使仪仗驶出行员外甬道时，遥遥望见大道上一面绿色大旗迎风招展，悠悠而来，显然便是韩昭侯的会盟车队。车队驶入一箭之地的时刻标志时，贾氏甬道外鼓声大作，两排长号仰天而起，呜呜齐鸣。庞涓在摇车上肃然拱手，高声报号。 六国会盟特使庞涓，恭迎韩侯车驾。迎面而来的王车上，肃然端坐着一位三十余岁的国君，他就是韩国第六代君主，史称韩昭侯。这位君侯是战国时代著名的节用之君，体力自省，处处简朴，全然不怕列国审笑。 目下他乘坐的王车是一辆铁皮包裹的木车，车轮哐啷咯吱乱响，车厢中的伞盖也是木质的，稍有颠簸便摇摇晃晃。驾车的只有两匹灰斑马，且显然不是名马良驹。韩昭侯本人身着一领极为普通的绿色布袍，头戴一顶高高的竹冠，长须漂浮，神色散淡。 似凝重，又似愁苦。若是平白在道边相遇，别说庞涓，任谁也只将他认作一个寻常的游学士子。庞涓的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但又立即变为肃然庄重。他可以沈笑韩昭君的寒酸，甚至认为这是矫情做作。 但他绝不能轻视和魏国同出一源的韩国，绝不能沈笑拥有天下最大铁山和最好铁方的晋韩。庞涓轻轻咳嗽一声，摇车缓缓迎了上去。韩昭侯早已经听见了迎风传来的庞涓的声音，只是没有作答。他看着这位邻邦上将军，总觉得别扭。 打了几场胜仗，便不可一世，浑身珠光宝气的，大不是正道滋味然而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两车迎面时，韩昭侯拱手淡然道：“上将军荣任会盟特使，可喜可贺。公叔丞相有疾在身，魏王命庞涓代行特使，敢请君侯见谅。” 庞涓知道公叔痤和韩赵两国的渊源极深，所以谦恭地自贬为代行特使，以示对韩昭侯与公叔痤交易的敬重。敢问上将军，本侯是第几家到达？韩昭侯岔开话题，淡淡微笑。庞涓拱手笑答：“君侯先声夺人，第一家，君侯请。” 韩昭侯又微微一皱眉头，脸上淡淡漠漠。韩魏近临，自然早到，请君侯先请。庞涓一挥手，身后一名导引骑将走马而出，高举一面绣有“韩”字的绿色大旗，到韩昭侯车前高声报：“末将引导君侯车驾，拨转马头，走马行入驾驶用道。” 韩昭侯闭目养神，既不看落后半车的庞涓，也不看红旗林立、斧钺生辉的铁甲骑士。庞涓却是始终微笑地看着韩昭侯，默默护送，绝不主动找话。心中却在暗笑这位君侯的迂腐，明是心虚，偏又自作轻蔑状。穿过甲士甬道。 进入行辕大门后，走马即行离许，来到烟波浩渺的庞泽北岸。一片绿色军帐围成一个巨大的环形，环形军帐内又是兵车围成的一个环形。一座绿色铜顶大帐被兵车围在中央。园门口一杆“韩”字大道旗迎风舒卷。庞涓拱手道：“君侯，请看。” 这便是贵国行员，行员外军帐可驻扎君侯带来的一千军士。上好，上好，上将军请忙公务，本侯奔波困倦，欲休憩片刻也。庞涓本以为韩昭侯至少要邀他进帐稍事寒暄，他也很想借此机会和各国君主先行磋商试探一番。 给魏王打好基石，没想到韩昭侯竟丝毫不做姿态，公然拒绝了他。刹那之间，庞涓感到了这位寒酸君主颇难对付。正在此时，一骑探马飞来，高报燕公驾到。庞涓就势拱手笑道：“君侯车马劳顿，理当休憩。”庞涓告退。 庞泽大道上重新卷起烟尘，隐约可见红蓝两色的大旗翻卷飞来。庞涓思忖：燕国究竟是老牌诸侯，国弱势不弱。看这车速，显然是燕文公率领燕山精锐亲赴会盟。时人眼里的七大国：魏、楚、齐、赵、燕、韩、秦。 其中唯有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直接分封的公字号老诸侯国，第一任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赵公氏，一脉延续六百余年，仅为施政。另外六国，楚国是蛮夷部落自立为诸侯国，西周第三代天子周康王才予以正式册封，迄今五百年历史。秦国。 是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册封的诸侯，迄今三百多年。眼下的齐国也不是周武王分封的老齐国，那个齐国的君主是姜姓，第一任国君是赫赫有名的姜尚，世人称为姜齐。目下这个齐国是老齐国的田姓大臣田启，在势力做大时杀掉了姜姓国君。 田启自立为国君，迄今已经传了六代，世人称为田启。时下也就一百多年。魏、赵、韩三国原是老牌诸侯晋国的三家大臣，势力做大后，三家共同瓜分了晋国。周威烈王于魏文侯四十三年，不得不正式册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国，迄今不过四十余年。 这就是说，七大国中有四个是新氏族夺权建立的，齐、魏、赵、韩；一个是山高水远先自立而后被王室认可的，楚；只有燕、秦两国是正式册封立国而一脉相延的诸侯国。燕国是西周的开国诸侯。 秦国是东周的开国诸侯，燕国比秦国恰恰老了整整一个时代。正因为如此，燕国是七大国中最为孤傲的一家，而眼下这位燕公又是燕国历代国君中最为桀骜不驯的一个。对这种老牌诸侯，庞涓丝毫没有敬畏之心，倒是觉得十分的可笑。 一方诸侯六百余年，静悄悄无所作为，竟然还心安理得、趾高气扬地苟活于天地之间，真真的无可救药。你看这位燕公，铜车四马，金顶车盖，黑玉天平冠，手持金鞘剑，长须飘浮，宛若天神般站在车中，哪有一丝一毫的羞愧之情？鼓声大作，长号齐鸣时。 庞涓已经从遐想中恢复常态，不卑不亢地在摇车上遥遥拱手报名，原地迎候这唯一具有西周王族血统的老牌贵族君主。燕文公早已经看见行园区外的贾氏仪仗和庞涓的车骑，对如此隆重的迎候颇为满意。尊重周公礼制的姬氏王族，凡事都很讲究。 越是细节，就越是讲究。践行之间，他已经发现了营后仪仗不合理制的十多处纰漏。最显眼的是，没有交营的乐队，而只有长号、大鼓。庞涓作为盟主特使，理当出车迎接，而却只在原地迎后。魏国号称天下第一强，如何如此亵渎礼乐，有失大雅？ 然则又能如何？燕文公长叹一声，就像多年来蔑视一切礼崩乐坏和僭越行为一样，又一次蔑视了魏国的无知和愚昧。魏国上将军、六国会盟特使庞涓恭迎燕公车驾，庞涓毕恭毕敬。燕文公矜持的拖长声调：“上将军，魏王，俺在。” 回燕公，盟主魏王明日驾到，今日本使代我王行迎候大礼。盟主，尚未会盟公推，何来盟主？燕文公冷冷一笑。回燕公，本次会盟事关重大，各国均已先行回书拥戴我王为盟主，燕公何其健忘也！ 该挑明处，庞涓也不会虚与周旋的。既为会盟大典，何以如此不通礼法？燕国不是韩赵，本宫解盟。手中长剑一挥，回燕。庞涓并没有情急之色，拱手高声道：“燕公六百年贵胄之身。” 竟以些许礼法琐事置大计于不顾，气量何其狭小也！魏王迟到非为不敬重燕公，乃是为燕国谋划一份重礼也。上将军所言何意？燕文公弯回摇车，口气显然温和。庞涓微微一笑：“中山国，可是一块肉也。” 中山侯去了魏国。庞涓点点头。此刻魏王只怕正为中山侯洗尘接风。燕文公默然有请，爽朗大笑：“好，本宫且看看魏王才具。”正在此时，庞泽大道上烟尘大起，马蹄如雷，探马飞豹。 赵国君主赵侯率领两千精兵赴盟，庞涓笑道：“敢请燕公一同迎接赵侯如何？”有上将军迎接赵种足矣，本宫不劳上将军相陪。燕文公望着遥遥而来的赵字大旗，轻蔑的冷笑。庞涓高声命令：“引导官，领燕公入行辕歇息。” 红衣骏马的引导官高擎红蓝两色的燕字大旗，在燕文公车驾前走马前行。燕文公车队林林进入了行园区。庞涓自然清楚，燕赵两国为争夺河东太行山地区的中山国，已是势如水火。若非魏国从中斡旋，两国早就该兵戎相见了。 在燕赵之间，庞涓是喜欢赵国的，倒不是因为赵国与魏国同属三晋，庞涓本人就不是魏国人，没有老魏人的这种俗念。庞涓看中的是立国不到五十年的赵国的英锐之气，蔑视的是六百年燕国的老朽之气。论实力，赵国吞灭中山国并打败燕国是完全可能的。 但魏国却不能支持赵国，因为那样一来，赵国就会成为堪与魏国匹敌的一流强国。为了使其他六大国的实力维持现状，并始终和魏国强大的实力保持较大差距，庞涓向魏王提出了扶燕抑赵的策略，将魏国斡旋燕赵之争的基点定在防止赵国强大上。 虽然这与庞涓的认知倾向相违背，但这是庞涓身为魏国上将军所必须具有的忠诚谋国的精神。否则，他庞涓何以堪称赫,赫赫鬼谷子先生的第一高徒？上将军，别来无恙！赵成侯豪放地大笑着，手中带鞘长剑直指庞涓。庞涓恍然醒过神来，大笑着跳下摇车，深深一躬。 赵侯大驾莅临，庞涓思慕走神，惭愧至极，敬请见谅。思慕，哈哈哈哈！赵种长剑拄车，一双眼睛电一般向庞涓射来，又给我赵种设套子了啊！再大的套子也套不住赵国的二十万铁甲骑士。庞涓微微一笑，说得好，赵种相信实力，素来不怕套子。知赵种者。 上将军也，我却要说：知庞涓者，赵侯也。哈哈哈哈！庞涓也大笑一阵，一跃跳上摇车。赵侯先行，庞涓陪送行辕。赵成侯一缕连鬓大胡须，转头向后一努嘴，笑道：“还有比赵种厉害者在后，上将军等着迎接人家好。” 你我就免了虚套，我自走了。庞涓慨然拱手，若蒙赵侯不弃，庞涓来生做赵国将军。赵种诡秘的一笑，来生赵国只缺耕夫，不要将军啦。走！一跺脚，车马大队隆隆驶进了行辕。陡然。 庞涓清晰地嗅到了深藏于赵种心中的那个远大目标：统一天下，放马南山。瞬息之间，庞涓一阵冲动，竟觉得自己错投了魏国。悠悠思忖，又不觉失笑。赵国连身边的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拿不下，统一天下岂非痴人说梦？豪情是一回事，实力又是一回事。 自己一以贯之的认定，怎么会被赵总的豪气冲的走了形？禀报特使大人，齐王车驾已入三箭之地。主书高声报告，庞涓精神一振，他已经看见迎面而来的紫色大旗上的“齐”字了，立即高声命令：“一箭之地，迎接齐王。”画方落点。 训练有素的御手丝将一抖，三匹火红色良马以碎步走蹄，轻快驶出。第四位到达的是齐王，叫田因齐，史称齐威王，是田氏齐国的第六代君主。他年龄不到三十岁，即位刚刚两年，却已经是令天下刮目相看的英主。 在两年的时间里，田英齐整顿吏治，减少赋税，招贤用能，兴办学宫，齐国一片生机勃勃。又南却强楚，西退燕赵，宣布称王，使齐国陡然间声威大振。庞涓对齐国的事态非常关注，也非常了解，很是钦佩这个年轻君主的霹雳手段，惊叹为天赋奇才。在七大国中。 楚国春秋初期就已经自行称王，魏国是八年前称王，而齐国则是这位年轻君主即位一年宣布称王的。这样，天下就有了四个王国，名存实亡的中央之王周，以及三个诸侯王国楚、魏、齐。齐威王敢于大胆称王。 无疑向天下宣示了齐国敢于抗衡天下的信心和决心。庞涓作为即将统一天下的魏国上将军，其实内心最没底的就是这个齐国。齐国地处大海之滨，土地肥沃，民风强悍，非但涌现出了孙武这样的兵学世家，且近年来又文风大盛，工商业长隆。 临淄已经成为仅次于大梁的商业大都会，号称齐士目下又出了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国王，要吞灭齐国，真是心里没底。但归根结底，庞涓也并不看好齐国。齐国田氏的立国根基远远没有魏国牢靠，魏氏历经百余年流血争夺。 才和韩赵两族共同瓜分了晋国，其后又变法改制，军民一统，如臂使指。齐国则不然，田氏主要靠小布新政和上层篡夺杀戮之方式夺得将齐政权。旧贵族盘根错节，势力极大。田氏在齐国执政后，又没有彻底变法改制，士族封地的势力依然很大，根基自然不坚实可靠。 对于这样一个大国，庞涓提出的策略是重和轻战，静观待变，期待齐国出现战国屡见不鲜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起大落。其实一鼓击之，天下可定。远远而来的齐王却没有庞涓这样的复杂思绪，他瞭望行援气势格局，只是在想，齐国。 如何能搜寻到一个像庞涓这样的人才？齐国不乏战阵名将，但像庞涓这样统筹全局、出将入相的纲鼎人物还真是没有。这位年轻国王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全然没有寻常少壮派常有的浅薄狭隘，却是酷爱人才，大有容人之量。此刻，他望着摇车上华贵威武的魏国上将军，不禁感慨赞叹。 国有良将如庞涓者，安得不行？庞涓却早已经遥遥拱手报号，且利落下车，迎上前来，躬身作礼道：“齐王驾到，庞涓有失远迎，多请恕罪。”齐威王也几乎是同时跳下王车，爽朗大笑：“上将军当世英杰，何以如此官话客套，将我田言齐？” 做俗人代言。庞涓敬重齐王，奋发有为，何敢造次？庞涓谦恭笑答：“上将军，齐威王握住庞涓的手，微笑道：‘田因齐，请你到齐国一游，对齐国将军们教诲一番，如何？’齐王言重了。”庞涓笑道：“庞涓焉敢妄为人师。” 若能有幸到齐国，定当聆听齐王治国高论。上将军，别说谁听谁，你若到齐国，就做我齐国三个月丞相。田因齐封你天客侯，三个县做封地，如何？齐威王满脸笑意中透着真诚。天客侯，齐王好才具，也许魏王有一天会派庞涓做国使赴齐。 庞涓定当领教天柯侯滋味了。好，一言为定。上将军，静候佳音。齐威王用力握了握庞涓的手。齐王请登车，庞涓陪送行员歇息。庞涓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齐威王转身上车，向庞涓拱手笑道：“不劳上将军。田因齐还想借此机会游览一番庞泽呢。”导引官，起行。 庞涓只有拱手相送，对这种天马行空的非凡君主过分拘泥，只会自讨无趣。莫若随其自便来得稳妥。那么就只有楚王没到了。庞涓看看天色，已经是午时已过，未时有半。按照各路探马所报行程，五国君主在午时前均可到达庞泽行辕。 为何楚王车驾如此迟缓？庞涓是大将之才，这次盟会的行止调度全是以兵法谋划的，一切都安排得紧凑有序，绝不会误算或漏掉任何一位君主的行程。庞涓望望动静全无的庞泽大道，略一思忖，已经料到变故原因，暗暗深笑，高声命令道。 仪仗鼓乐收回，全军开饭。酉时出营列队。主书轻声道：“上将军，万一楚王酉时前来到，该当如何？”庞涓冷冷一笑：“不知楚人，不用多言。”回到行辕，庞涓照旧是一顶庞泽黄羊肉，不要汤饼，也不要其他菜，更不要酒。 在大山中休息十几年，跟着老师风餐露宿，庞涓对简朴粗犷的生活已经形成习惯。用冗长的时间去消磨繁琐的酒菜，他很是不以为然，觉得那简直是浪费大好光阴。对于庞涓，每顿饭只要有一顶肉或一盆汤饼就很满意了。行军打仗，则只要有干肉、干饼、水袋三样就行。 从来不在中军大帐开小灶。出山到魏国做官以来，庞涓最感头痛的就是繁琐的官宴和奢靡的应酬。但凡大小宴饮，庞涓都是简单吃饱，然后静观形形色色人等的狂语醉态。久而久之，他这种习惯也为魏国上层和军中将士所熟悉。贵胄们似乎对他有些微妙的冷落隔膜。 军中将士对他却是忠心拥戴，百般敬仰；对他严格的军令与严酷的训练方式，自然也乐于服从。庞涓根本不在乎那些纨绔高粱者如何蔑视他，也不在意将士们对他简朴起居的赞颂。他深深懂得，在连绵刀兵、你死我活的战国之势立足的根本点是功业，是胜利。作为三军统帅的上将军。 若果丧失失地，将士们的拥戴赞颂会在一夜之间变为咒骂或叛乱；若果能破国拔城，那些纨绔高粱们也会在一夜之间跪拜在他的脚下。成者王侯，败者贼，在刀兵铁血的岁月，这是一条永远的铁则。匆匆用完黄羊肉，再用盐水漱漱口，庞涓立即走进内帐。和寻常统帅不同的是。 庞涓的中军幕府前帐小而后帐大，前帐巨将厅只有一丈左右，简单的只有安置虎符、令箭、王剑的一张大案，再就是将领议事做的十三个青石墩。后帐却足足有三丈见方，除了一张仅可容身的军榻，整齐堆积的竹简占据了后帐的四分之三空间，除此之外就是一幅。 仗于见方的巨大的列国地图，这幅图不是绘制在羊皮上，而是刻制在十块木板上，用笋拼成。行军时拆开装成木箱，扎营时拼起展开。这幅木图是庞涓从师修习游历天下的心血结晶，其准确度曾得到老师鬼谷子的极高评价。这幅木图。 安置在后帐，且蒙着一层白布，可知庞涓是将他作为军事秘密对待的。平日里后帐也是不允许任何人踏进的，除了庞涓的贴身侍卫。此刻，庞涓拉开白布，就是坐在身后的书案前，打量着图上的七大国。眼光扫过，盯住了大河西部的秦国。 凝神沉思。论本土，秦国北部和燕、赵、中山三国接壤，东南与魏国接壤，南部与韩国接壤，西南部和楚国接壤。除了齐国远在海边与秦国不搭界外，五大国均与秦国有领土利害关联，而秦国西部。 是深远南侧的高山、草原与大漠，没有任何可作为后援的盟友力量。七大国之中，秦国地处西陲，接壤的邻国却最多，目下又最弱、最小。报！帐外遥遥传来探马临帐时的尖锐喊声。庞涓走到前帐，斥候已经先帐而入，躬身高报。 启禀上将军，楚王早已进入庞泽，在三十里外行猎饮酒，不入官道，不知何故。一个半时辰后，楚王必到。庞涓吩咐，探马远走，不要再管楚王。遵命。赤候高声领命，昂然即出。对楚王的叫侠，庞涓太清楚了。后来的中原人士讥讽楚人是沐猴而冠。 虽是刻薄，倒也确实神妙。猴子精明，然终不成人气。说到底，这是讥笑楚国人精于算计而缺乏大气局。就说目下这楚宣王米良夫，明明是按行程于清晨时分到达庞泽的，可就是不入行园区，全部的心思就是为了最后到达以显示尊贵。 为此，在三十里外停留行猎，煞费苦心地派出斥候打探，非要等到韩、赵、齐、燕各国之后再进入。也许还等待着庞涓到三十里外去隆重迎接。庞涓对这种乖张的精细算计历来嗤之以鼻。一个国家不在根本实力上下功夫，专在这些琐细礼节上较真儿，能有何出息？ 楚国自春秋末期吞并吴国之后，地阔五千里，民众近千万，江淮水网纵横如织，湖泊星罗棋布。虽有连绵高山密林，然平原地带却是土地肥沃，易于耕作。山重水复，疆域纵深，任哪个强国也休想一口吞下。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一章：六国谋秦。 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楚国上层若有高远气局，变法图强，北进中原，何愁不能完成统一霸业？可惜，这个国家就是固守蛮夷陋习，极少汲取中原文明的精华。官制、军制、民制均是自己的一套，从来不学中原各国的文明法治。丞相叫做令尹。 上大夫叫做左尹，王族事务大臣叫做莫敖，上将军叫做大将军，还有登徒、柱国、直归、三闾大夫等种种莫名其妙的官名。这个由山地部族自立，而后获得周王朝认可的诸侯国，有许多地方是中原文明所难以理解的。这也正是中原名士难以在楚国建功立业之所在。魏武侯时期。 文武全才的吴起，因奸佞排斥、不被国君信任而逃到楚国。当时的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立志变法图强。吴起以铁腕强力变革楚国落后愚昧的旧制，却几乎将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楚悼王一死，吴起立遭惨杀，楚国就成了一个三分新、七分旧的奇特国家。 始终是萎靡不振，难有作为。庞涓当初为了选定自己要报效的国家，曾对楚国做了深入的游历探究，认为楚国和中原文明尚有百年距离。吴起在楚国的失败，不是变法本身有误，而是这个国家的落后、愚昧、封闭和变法所需要的基础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任谁在短期内也难以扭转。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楚国的上层贵族始终偏安封闭的山国，没有放眼天下、竞争存亡的大器具。中原诸国凡有大事，都离不开楚国参与，但却也没有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存亡谋划寄托于联结楚国。中小诸侯国更是极少主动寻求楚国的保护，在七大国中。 楚国与秦国的附属国最少，秦国是因为被山东六国封闭在函谷关以西，不可能东出争夺中原附属国。但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就吞灭兼并了几乎所有西部戎狄部族邦国，没有被划入的草原部族也几乎全部臣服于秦国。秦国也是一个积极向中原文明靠拢的诸侯国。 不管中原大国如何蔑视秦国，秦国都始终以中原文明为楷模。楚国对南部蛮夷部族之所以缺乏有效统合，则太半是不思进取所致。譬如岭南的百越，楚国就仅仅满足于松散的称臣纳贡，而没有将这支繁衍旺盛、人口众多的部族纳入整体国里。楚国名义上有千万人口。 能够动员的兵力却只有数十万，还不如只有数百万人口的赵国可能动员的兵力。说到底，也是这种有名无实的庞大臃肿造成的。在深入勘察中，庞涓还发现，楚国上层对中原文明有一种自卑而又不甘屈服的躁动，时时涌动着一种要求中原文明承认他们、接纳他们的强烈心智。 又时时处处与中原文明警惕地保持着一定距离，如果不被重视，他们就会寻找机会和理由向中原示威，显示力量；如果中原大国敞开胸怀，他们又会自动退避三舍，害怕被中原同化。三百年前楚庄王时，谁都知道楚国的力量尚远远不及中原一个晋国，更不要说众多诸侯的联合力量。 楚庄王却要借联兵抗戎之机，陈兵洛阳郊外，向东周王朝的劳军使者王孙满挑衅，问洛阳九鼎轻重几多。那时候，九鼎可是天子王权的象征，问鼎天子等于是向天子的王权挑战。王孙满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楚庄王也只好悻悻而归。 从此以后，楚国对中原的雄心大白于天下，惹来与中原王室及诸侯国的种种麻烦。后来，楚国有一段称霸时期，又缺乏谋略，不懂得像齐桓公和管仲那样竖起尊王攘夷的大旗，而是凶巴巴、急吼吼地号令中原，结果惹来和晋国的城濮大战，一败涂地。 从此两百多年萎靡不振。庞涓认为这些都是因为楚国缺乏大气局所致。在庞涓看来，这样的国家最好对付，最难对付的是那些不拘小节，甚至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却又雄心勃勃的国家，譬如赵国，譬如齐国，甚至秦国也同样。刚继位的这位秦国新君。 竟将已经夺回大部分的河西土地拱手相送，以求休兵罢战，简直匪夷所思。这种人不是懦弱昏聩，就是计谋深沉。他们对这些先来后到、座次排列之类的邦交细节绝非迟钝，可是，在表面上浑不计较，一心只在大事上做文章。一个国家若处处在这种细节游戏上较真儿，无疑已经是衰老了。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更大价值的东西去计较了，楚宣王正是这样，给他一个尊贵的座次，再给他一点看得见的好处，他就会大喊大叫的，用难懂的楚语为盟主捧场。这一点，庞涓早就算定了。有时一到，魏国的铁骑仪仗准时在行辕区外展开。 漫天晚霞中，整肃威武，一片灿烂。庞涓的摇车驶出行辕时，庞泽大道上也卷起了阵阵烟尘。担任司礼的主书轻声笑道：“上将军，果真妙算。”庞涓嘴角掠过一丝轻蔑的微笑，缓缓举起右手。骤然间，鼓声大起。 长号向天呜呜齐鸣，声势很是雄壮。一箭之地处，黄色大旗上的“楚”字已经清晰可见，王车上青铜伞盖的熠熠闪光也已经映入仪仗铁骑的眼里。上将军，王车上如何不见楚王？主叔困惑地问道。庞涓没有搭理主叔。 只是恭敬的深深一躬，低声命令：“报号。”主书醒悟，连忙以司礼身份高声唱道：“六国会盟特使魏国上将军庞涓，恭迎楚王大驾。”王车上，楚宣王米良夫特别兴奋，一路上他都是躺在特制的大型王车中想心事。 因生得特别壮硕高大，简之做国王后又日渐肥胖，寻常摇车根本容不得他坐，更别说躺下睡觉。为此，郢都的王室作坊受命专门打造了这辆异乎寻常的王车。车厢丈二见方，高三尺六寸，青铜车盖盖高八尺，直径一丈，车轮几乎比寻常车轮大两圈。 中原王车是四马驾拉，这辆王车是六马驾拉。一旦启动，便林林隆隆，气势慑人。这辆王车的最大不同，就是车中永远有两个侍女为常年挥汗如雨的楚宣王把扇拭汗、喂水。行进到距行辕一箭之地时，楚宣王推开给他喂水的侍女，趴在车厢前方的望孔上，瞄向魏国仪仗。 瞄来瞄去，没有看见魏王的迎接车驾，心中顿时觉得空落落的，又有些恼火。转而看见了魏国上将军庞涓车前的六国会盟特使旗号，也看见了庞涓肃然躬身的谦恭姿态，才颇感欣慰地喃喃自语：“魏王不迎我，暂且作罢。谁叫人家是盟主了？” 一刹那，楚宣王芈良夫已经打定一个讨回尊严的主意。六国会盟特使庞涓迎接他时，一定要讲出代魏王迎接楚王的话，否则他立即回马。想到这里，他精神一振，扶着两个侍女的肩膀，豁然站起。两个黄衫侍女差点被压趴下。 却又连忙同时用力扶起庞大的国王。隆隆驶来的大型王车伞盖下，突然冒出了天神一般的楚宣王。魏国仪仗骑士与鼓号手死死忍住大笑，却将一股喷然之气弄成了一片喷嚏，吹进呜呜咽咽的号声。 司里的主书也连连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憋得眼泪流到了鼻端也不敢擦。若非魏国军事训练有素，非弄成一团儿戏大笑不可。庞涓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却沉静的浑然不觉。待楚宣王的超大王车咯咯吱吱地刹住，楚宣王目光盯住他却不说话时， 庞涓庄重清晰地摇摇拱手道：“六国会盟特使庞涓，代魏王迎候楚王大驾，楚王万岁。”楚宣王心中大感快慰，一双大手拱成了斗大的拳头。“魏王大礼，米良夫何敢承受？魏王康健万岁！”硬是不设庞涓而只提魏王。 魏王恭请楚王先入行辕歇息，晚来虚时，魏王为楚王接风洗尘。谦恭的庞涓也始终只提魏王而不涉自己。楚宣王依旧摇晃着斗大的拳头，满脸笑意：“魏王忒得多礼，米良夫何敢叨扰，请楚王入营，魏王特使相陪。”米良夫谢过魏王，舔为先车。 入营，马蹄哒哒，车声隆隆，楚国的车队人马气宇轩昂地开进了会盟行辕。楚王米良夫扶着高高的车轼，庄重肃穆地巡视着行辕，脸上充满了尊严。三，接风小宴，公开了会盟秘密。夜晚。 庞泽变得分外美丽，六大行园区的各色灯火在浩渺的庞泽水面倒映出一个流光溢彩的灿烂世界。军旗猎猎，雕斗声声，有军营的壮美，却没有战场的萧瑟杀气。初夏尚有凉意的微风中，庞泽弥漫出一片华贵的痴迷。庞泽是两条大河滋养的。 西北有黄河，东南有济水，中间地带就聚成了苍苍茫茫的庞泽。战国时期，独立入海的江河淮济被称为天下四大名水。这四大名水，黄河在北，长江在南，中间是济水与淮水。北河南江之间，正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 而庞泽恰恰又在河脊之间，西北又紧靠繁华文明的大梁城，是中原复兴地带最具盛名的大湖。论水面规模，庞泽远远不及楚国的云梦泽，但论当时的名气与文明内涵，庞泽却是远远高出于云梦泽。魏国作为天下第一强国，选择庞泽做六国会盟的地点。 不仅仅因为庞泽是魏国最好的行胜之地，而且还因为是当时整个中原文明的精华所在。六国会盟的总帐设在庞泽北面依山傍水的山腰草地上，地势略高出于其他五国的行员驻地。以灯火区域看，五国行员对盟主行员的总帐恰好形成五星捧月之势。 使总帐地位十分突出。时下盟主行元所在的山地岗哨林立，山腰总帐内灯火通明。大帐内没有乐舞和侍卫，先到的五国君主默默坐在各自案前，目不斜视，等待庞涓的开场白。庞涓的作案设在平地上，背后是暂时空置的魏王盟主的长案。 庞涓刚刚走进来，他没有落座，肃立案前，向君主们所在的三个方向深深一躬，拱手朗声道：“六国会盟特使，魏国上将军庞涓参见楚王、齐王、燕公、赵侯、韩侯。各位国君安然到达庞泽，盟主魏王委派庞涓代为五军接风洗尘。庞涓不善饮酒，然则。” 六国京城会盟，安定天下。庞涓愿以卑微之身敬五国君主一爵。说着，双手捧起案上青铜大爵，抱爵拱手，敢请接受庞涓敬意。说完，一饮而尽，憋得满脸通红，连连咳嗽。但庞涓丝毫没有慌乱，用白帕拭去嘴角酒水，又是真诚一躬：“庞涓失态，敬请见谅。” 赵成侯爽朗大笑：“上将军破例饮酒，我赵种奉陪。”咀嚼，豪饮而尽。上将军当世名将田英琪奉陪，齐威王也一饮而尽。奉陪。韩昭侯面无表情的咀嚼饮尽。本宫也就循例了。 燕文公矜持的徐徐饮下。楚宣王一拍长案，魏王特使为我等接风，盛情难却，本王饮了。一爵落肚，两旁跪坐的侍女忙不迭挥扇送风。上将军，请入座。韩昭侯向庞涓做了个手势，淡淡漠漠的开口。 上将军，天下皆知三晋一家，然本次会盟，魏王密简只说了“安定天下”四个字。本侯愚昧，尚请上将军明告如何安定法。韩侯所言极是，赵成侯笑道：“会盟总得有盟约，所约何事啊？” 年轻的齐威王炯炯有神的双眼扫视全场，脸上却是一片微笑。他心中有数，齐国原处海滨，除了南部和楚国交界外，因为鲁国隔在中间，和中原各国很少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他应邀而来，看中的是魏国提出的六国定天下的大方略。 想明确的是齐国在其中的地位，至于实际利益，他目下没有奢求，而只是静观待变。目下他只是冷静观察，绝不会主动询问什么。矜持的燕文公对庞涓华贵逼人的装束直皱眉头，内心暗骂：表面懦弱，实则坚刚的韩昭侯先行发难。 他感到欣喜，对赵种的呼应，他却感到逆反。自韩赵魏三家分晋，燕国和韩、魏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善，偏偏和相邻的赵国局域不断。燕国忍受不了赵国这个后起之强国的逼人气势，却又奈何不了他。中山国本来是燕国的附属国。 可是自从赵氏立国，中山国就倒向了赵国。恼羞之下，燕国想吞灭中山，却又没有实力啃动这块带肉的骨头。眼看中山被赵国蚕食，又嫉妒的眼红滴血，于是只有秘密请魏国向赵国施加压力，遏制赵国。 三番五次就和赵国结下了难分难解的恩怨纠葛，双方都恨得牙根发痒。可实际上，谁也奈何不了谁。这次会盟，燕文公有个铁定的主见要拿出来，但必须有魏国支持方能实现。韩赵与魏国始终暗斗不休，三晋局域，魏国为了寻求支持，必然会倾向于结好燕国。 如此一来，燕文公的谋划就极有可能实现，但是他必须等待最好的时机，而且必须和魏王密议。目下，他想耐着性子看看这个魏国新贵上将军如何处置眼前的棘手题目。楚宣王米良夫内心很是冲动，极想质询庞涓几件事情。 但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感，但凡开口，必须在列国之后、盟主之前。虽不能说一言九鼎，也须得是排解纷纭，否则何以彰显楚国的威严？米良夫对楚国的实际利益很清楚：楚国东北和齐国交界，正北和魏国、韩国接壤，西北和秦国相邻。 在七大国中，楚国的接壤大国仅仅次于秦国。秦有五大邻国，楚有四大邻国。对于齐、魏、韩三国，楚国当然无法问津；但对于秦国，楚国的觊觎之心则由来已久。秦国西南部和楚国西北部均是层峦叠嶂、山重水复的艰险地区，道路崎岖，易守难攻。 秦国一个武关卡在西南要冲，楚国顿时没有办法向西北伸展。这一片广袤山区里隐藏着几块丰饶的绿色盆地：汉水盆地、丹水盆地、漾水盆地，都是肥美家园。一旦拿下这一带山水，就会顺利越过蓝田园进入渭水平原，秦国就可一鼓而下。以楚国的实力， 挑战其他大国虽力不从心，但对付秦国这个日益萎缩的西部诸侯还是有力量的。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其他大国必须不干预，尤其是魏国不干预。要实现这个心愿，六国会盟正是最好的时机。楚宣王打定的主意是，只要魏国赞同或默许楚国对秦动手。 楚国就在任何盟约上书名盖印，否则便不承认任何盟约。魏王给楚国的密简上有“六国会盟，楚有大利”八个字，似乎比对韩赵的密简实在了许多。所以楚宣王没有急于开口，他要看庞涓如何拆解这个谜团。庞涓看看齐威王。 燕文公和楚宣王拱手微笑道：“敢问齐王、燕公、楚王，有何指教？”三人神色各异地默默摇头。齐威王微笑，燕文公矜持，楚宣王冷漠。实际上，庞涓早就料到了五国君主急不可待的心情。 对由自己亲自揭开会盟主题，并代魏王进行先期磋商，更是感到骄傲。他清清嗓子，再次向武王公说道：“五位国君，庞涓既蒙魏王委做六国会盟特使，自当代魏王向五国之君阐释此次会盟主旨，并行先期磋商。”魏王以为，方今天下。 周室衰微，诸侯纷争，弱肉强食。春秋时期的一百多个大小诸侯，已经减少到三十余个。而这三十多个诸侯国，实在是由七大国主宰乾坤。自春秋以来，天下兵连祸结，业已三百余年。魏王体恤天下苍生，披肝沥胆，谋划天下和平之道。道在何方？在六大国会盟。 定天下。说到这里，五国君主的眼睛一齐盯住了庞涓，凛凛生威。他们根本不相信魏国会披肝沥胆谋划天下和平之道，他们关心的是六国定天下如何定法，利益冲突如何摆平，魏国想得到何等利势，自己得失如何。 庞涓对武双威慑天下的目光并没有在意，继续从容道来：“六国定天下，如何定法？大要有三。其一，六国盟誓，互不为敌，永不犯界；其二，对其余三十余个诸侯小邦，划定各自势力圈，圈内小邦由宗主国吞并，他国。” 不得干预。若宗主国三年内无力吞并，则任他国吞灭。其三，也是本次会盟要害所在：肢解秦国，将这个西部蛮夷抹掉。何以要六国分秦？因秦国之大，不能划给任何一国独吞，否则将破坏天下军事。魏国军力最强。 也不想独吞秦国，此乃魏王的天下为公之心，请诸位深解我王苦心。如此三条实施，可保天下纳入王道，长久和平。庞涓戛然而止，有请四顾笑问：“魏王之意，诸王以为如何？” 大帐中安静的维稳喘息之声，良久，没有一个人讲话。矜持沉默的表面下，五大国君主的头脑里都是车轮飞转，权衡利弊得失。对第一条，没有一个人当真。蒙氏罢兵，那只是得到些许喘息时日，缓过神来照打不误。魏国还不是打出来的？ 若没有吴起和诸侯的数十次大战，没有眼前这个庞涓的几次战绩，就是有十个李亏变法，魏国将领土也扩大不了三倍。魏国说不打，那只是不让别人打罢了，自己则是想打就打，谁也拿他没办法。但也有一条，别人要打，他也不一定有办法。所以，人人都在想后两条，这两条可是非同小可。 非但瓜分所有小国，而且还要瓜分大大的一个秦国，这可是任何一国都从来没有想过的大胃口、大谋划。乍一听，这个谋划非但宏大，而且人人得意。然则仔细一想，这里边的文章多的竟是一下子理不出头绪。作为争雄天下的战国君主，谁都在波涛汹涌中沉浮过几回。 一旦涉及根本，他们绝非易语之辈。没有理清，他们就不讲话，不置可否，绝不会在节骨眼上轻率表态。庞涓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僵局。按照他的设想，谋划一端出，就会立即引起争吵。这些人均是经不起些微利益诱惑的，如同狗对骨头的争夺一样。如今看来。 他们却是在细加揣摩，并没有急吼吼争抢，如何打破僵局？庞涓略一思忖，向楚王遥遥拱手，恭敬地微笑道：“敢问楚王，魏王欲将秦国西南交由楚国处置，不知楚王肯接受否？”因为脑子里车轮飞转。 楚宣王竟忘了自己“王言必于后”的尊严铁律，见庞涓问话，直指预想目标，不由脱口道：“秦国西南嘛，自当由楚国接纳了。然则秦国腹地在渭水平川，沃土六百里，难道不分一勺羹与我大楚了？”庞涓淡淡一笑，姿势体大，请楚王与魏王面商。 楚国定会满意。”韩昭侯冷冷道，“韩国四周没有小邦可吞并，秦国的渭水腹地，理当全部由韩国接纳。”齐威王啪的一拍长按，齐国距秦国千里之遥，无意分秦寸土之地。然则鲁国、宋国、薛国。” 须得全境交由我齐国处置，魏国、楚国不得染指。这是公然向两个最强的大国要价，举座不禁侧目而视。楚宣王大皱眉头，摇着头，拉长声调道：“齐王啊，你的胃口太大了。鲁、薛两国姑且不说了，宋国可是楚魏之间的地盘哦。” 语气词极多的楚国话，呜里哇啦响成一片。齐威王田因齐终究年轻气盛，冲动的脸扭成一种狞厉的笑，又是啪的一拍长案。楚王所言差矣，百年以来，楚国吞并小诸侯几多？二十一国，晋国几多？十二国，其余大国呢？齐灭四国。 秦灭三国，越灭两国，数一数，哪国胃口最大？楚国。齐国话生沉语慢，字字如板定钉,钉一般。楚宣王唰的冒出一头大汗，一时被噎得反不上话来。半日沉默的燕文公悠然开口。 齐王这笔账算得甚好，春秋三百年恪守王制，未灭一国者唯我燕国。今日会盟，却不知列为何以报偿？赵成侯厌恶的向身旁铜盆中啪的吐了一口痰，冷冷一笑：三百年寸土未得，竟然也算得一个大国。 燕文公向以六百年王族贵胄自居，自视极高。这种赤裸裸的嘲讽使他恼羞成怒，立时拍案而起：“赵冢修的欺人太甚！天下九州，唯有道者居之。燕国不堪，却也是六百年安如泰山。赵国如何？区区五十年诸侯，有何资格对本宫说三道四，恶语相加？” 赵种一阵哈哈大笑，姬凡，别犯酸。赵氏子孙素来不吃祖上功劳，讲究个赤手空拳打天下。有本事别找靠山，燕赵两国堂堂正正摆战场，看谁敢安如泰山。上将军，以为如何？谁都知道。 燕国若非魏国长期庇护，可能早就被悍勇善战的赵国活吞了。赵种面向庞涓征询，实际上显然是一箭双雕，嘲弄燕国，试探魏国。庞涓期望着这种争吵，没有五大国相互争夺，魏国横平天下的霸主地位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一直微笑着面对争吵。 对他们开始的沉默感到好笑。见赵成侯话锋转向他，庞涓拱手笑道：“赵侯笑谈，六国会盟，亲如手足，天下未定，自相酣斗，岂不惹天下笑话？”庞涓以为，今日大计还是以分秦为要，那些罪儿小国的存亡划分，完全可另行商定。庞涓所言，乃魏王之意。 诸位高见？又是一阵沉默。庞涓所言的确有理，要在一次会盟中商定对三十多个小诸侯国的分割，牵扯出来的数百年恩怨纠葛，未免太过复杂，几乎不可能人皆认可。然五国君主默认庞涓的更深理由，还不在于怕发生恩怨纠葛。 几十年、几百年打打杀杀都不怕，还怕宴会上面红耳赤？即或拔刀相向，又有何妨？谁都明白的更深的理由是：对战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和消灭小诸侯权力的确定，仅靠一张羊皮盟约是根本不可能的。谁灭谁，能不能完全要靠实力？这是春秋战国四百多年历史铸下的铁则。 在这里口头争吵，最多出出气，实在没有实际着落。矜持尊贵的燕文公先开了口：“列位，本宫以为上将军所言甚是，分秦大计是消除一个心腹大患，罪而诸侯则是毛发之计。本宫以为，秦国北部。” 与临湖楼凡相接的三百余里，当归燕国所有。赵成侯瞄一眼燕文公，大手一挥，笑道：“赵国立薄，得秦国洛水以东、河水以西之二百余里，足矣。”韩昭侯愁眉苦脸的摇摇头：“韩国嘛，让。” 只要秦国复兴的渭水平川，其余不计了。楚宣王大摇其头：“如何如何，只给我剩下穷山恶水了？不可不可，我还要渭水平川之东半，函谷关至骊山二百里嘞。”韩昭侯淡淡道：“楚王何其健忘。” 函谷关至华山，早已经是魏国土地了。难道楚王连吴起也记不得了？啊啊啊！这讲了半日，分的不是老秦国呀！楚宣王惊讶地摊开双手，满座哄笑。赵成侯高声道：“哈哈，楚王想分秦穆公时的秦国呀！” 庞涓向楚宣王拱手笑道：“楚王，秦国近百年来土地萎缩，本次会盟六国分秦，以秦国现有土地为本。”真是啦、啊！楚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好，好，好，我大楚就再让几分了。秦国西部泾水河谷三百里加上了。” 那里给楚国养马也蛮好哦。这一阵唯有齐威王始终沉默。秦国最西，齐国最东，中间相隔千里之遥，分一块地还不是别人的肥肉，所以齐威王对分秦话题毫无兴趣，面色冷漠，一言不发。对此，庞涓岂能不清楚？他早已是成竹在胸。 站起来，环坐拱手道：“诸位王公侯，分秦大计，六国有份，不能使齐国无所得益。魏王之意，齐国当得秦国两百里土地。然齐国、秦国相距遥远，有地难立。为今之计，齐与五国各割地四十里归齐，赵、韩、魏与齐国不交界。” 就由楚国、燕国各割一百里归齐，再由赵、韩、魏三国补齐、楚、燕两国土地，如此转补，以求地利君得。诸位以为如何？此言一出，齐威王顿感宽慰，炯炯有神的大眼扫描全场，看国君们如何应对。 沉默有请楚宣王，耸耸肥硕的肩膀，干声笑道：“好啦好啦，楚齐两国手足睦邻，割地一百里，情理之中啦。”实则楚宣王在一刹那间已经盘算清楚，楚国和齐国相邻的几百里全是茫茫盐碱滩地，只生苇草，不生稻谷。 而魏国、韩国转补给楚国的土地，却只能是相邻的淮水平原。这一转，就给楚国转出一个小粮仓来，有此好事，不亦乐乎？燕文公却是颇费踌躇，沉吟道：“横平地利，也是正理，燕国自当勉力而为。” 他的艰难，也正是因为太清楚而感到心痛。燕国与齐国相邻地带，全是济水两岸的湖泊、鱼塘和耕耘沃土。齐国屡屡求之而不得，两国常常为此发生摩擦。而赵国、魏国转补的土地，则只能是老晋国北部的山地，显然是得不偿失。然则， 此次会盟是魏国主盟，魏王既然提出，燕国如何能拒绝？如果没有魏国这棵大树，燕国可真是步履维艰。想一想，不答应也得答应。楚国、燕国既然表态，韩国、赵国自是欣然呼应。庞涓向齐威王拱手笑道：“齐王意下如何？”齐威王爽朗笑道。 上将军纵横捭阖，斡旋得体。田因齐领受。且不说燕国的一百里沃土，齐王求之不得；就是楚国的一百里盐碱滩，齐威王也另有想法。田因齐的勃勃雄心是寄觎楚国的，他看准了楚国是个肥大中空的邻邦，终有一天齐国要吞灭楚国。 而得地一百里，等于齐国向楚国纵深靠近了一大步。盐碱地虽不生五谷，却是最好的战场、最近的桥梁。凭谁说没有价值？齐威王的表态等于宣布六国分秦再没有了意义。庞涓抱拳还拱，桓公朗声笑道：“如此，分秦大计已定，请各位君主尽兴游览庞泽夜景。明日魏王一到。” 即行会盟大典。清晨，大梁城的南门隆隆洞开，魏国王室的全副仪仗整肃拥出，引来早在城外等候的大梁民众的四野欢呼。当一辆光彩闪耀的青铜王车在三千铁甲骑士之后，淋凛驶出城门时，这种欢呼达到了山呼海啸般的高潮。 魏王万岁！六国盟主万岁的呼声漫山遍野，大梁城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动了。魏惠王兴奋极了，在高高的青铜车盖下，不断向四野的民众父老拱手行礼。自即位以来，他从来没有想到民众会对他如此拥戴。 这种隆重盛大的家道欢呼，数百年来肯定没有一个国君享受过。他的祖父魏文侯和父亲魏武侯更是想也不敢想。究其境，还是我魏婴功业宏大，使魏国在我手中鼎盛起来了。国富民强，疆土扩大，自不必说。但是这会盟六国，分定天下，百年以来。 谁能做到？即或是春秋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九合诸侯，能比得今日的六国会盟？齐桓公会盟诸侯还要打天子的旗号，六国会盟则视天子为粪土，完全是依靠实力安定天下。齐桓公能比吗？再说，六国会盟之后，魏国将成为天下霸主。 按上将军庞涓的谋划，数年内将逐一消灭六大国，而统一天下，不该是五大战国了。秦国在这次会盟后就要被抹掉了。那时，我魏婴将成为一统天下的天子，魏国的民众又该如何对我敬仰拥戴？ 想到魏国和自己的惶惶未来，魏惠王猛然觉得眼前的红色人海变成了匍匐跪拜的各国诸侯，六国宫殿在人海中漂浮移动，洛阳的周天子也在人海中向他站立跪拜，他的灿烂王车从他们身上碾过，飘飘地升向天地的宫殿。 他回头怜悯的望着大地上的芸芸众生，竟有一丝恋恋不舍。大梁民众太好了，也许做他们的主人比做天神还要神气。禀报我王，五国君主已在行员外迎候，陈庞涓先行接驾。庞涓，魏惠王揉揉眼睛。 王车已经停在苍茫苇草掩盖的庞泽大道中，王车前站着一个顶盔冠甲的大将，一件大红披风分外鲜亮，不是庞涓是谁？魏惠王从梦幻中猛然醒来，脸上却还保留着醉心的笑意。哦，庞卿啊，你说何事？他们在营后，些许小事了，大事如何？ 禀报我王，大事已定，臣已经与五国之君磋商成功。好，上将军首功一件，请上王车与本王同行。魏惠王完全醒过神来，在高高王车上向他的上将军伸出尊贵的手。庞涓在地上深深一躬，启禀我王，为臣当恪守礼制。 半驾而行，也好。魏惠王一挥手，车驾起行，会见诸君。庞涓跳上自己的摇车，紧随魏惠王的青铜王车之后，向行园区浩浩而来。魏惠王在高车上瞭望，已遥遥可见行园区外飘扬飞动的各色大道旗。 看来五国君主确实是在行员外恭敬的迎候。战国时期，阴阳家学说甚盛，各大战国的旗帜颜色与服饰主色都是极有讲究、有据而定的。讲究的依据就是该国的天赋国命。阴阳家认为，任何一个王朝和邦国都有一种上天赋予的德性。 这种德性用五行来表示，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德性。这个国家与王朝的为政特点，必须或必然与它的德性相符合；它所崇尚的颜色及国色，也必须与它的德性相符合。唯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在上天庇护下安稳顺畅的运行。皇帝政权是土德。 就崇尚黄色，旗帜、服饰皆为土黄。夏王朝是木德，崇尚青色；殷商王朝为金德，其兴起时有白银溢出大山的吉兆，是以崇尚白色。周王朝为火德，先祖得赤乌之福，自然便崇尚红色。当时天下对这种五德循环说无不认可。 立政立国之初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国命德性，七大国更是无一例外。魏国从晋国而出，自认承继了晋国正统，而晋国是王族诸侯，当然是周之火德，魏国便承继火德，旗帜服饰皆上红色。韩国也出于晋国，但为了表示自己有特立独行的德性。 便推演出木德，旗帜服饰皆为绿色。赵国亦出于晋国，却推演出更加特殊的火德为主，木德为辅，木助火性，火德愈烈的火木德，旗帜也就变成了七分红色，三分蓝色。齐国较为微妙。 论发端的姜齐并非周氏的王族诸侯，且春秋中期以前的天下诸侯尚没有自立国命的僭越行为，所以姜齐仍然以天子德性为德性，旗帜服饰皆为红色。即或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是尊王的，自然也是红色。到了田齐时代，战国争雄。 齐国既不能没有自己的天赋德性，又不能从传承的意义上接受火德，于是齐国推演出火德为主、金德为辅，金炼于火，王气恒久的火金德。旗帜服饰变成了紫色。其中唯有楚国是蛮夷自立而后被册封。 很长时间里，楚国是旗有五色，而服饰皆杂。中原诸侯嘲笑楚国是乱穿乱戴、乱德性。进入战国，楚国便推演出炎帝后裔与黄帝同德的土德，旗帜服饰变成了一色土黄。不过，最为特殊的还是燕国。论本体，燕国是正宗的王族诸侯。 成绩火德顺理成章，天下没有非议。然燕国久处幽燕六百年，对周氏王族不断衰败的历史刻骨铭心，独立之心萌生已久。燕国公族认为，先祖的火德已经衰败，作为王族旁支后裔的燕国，若成绩火德，这把火必然熄灭。要兴盛，需反其道而行之。 于是推演出燕临北海，天赋水德，确定了燕国的水德。燕国之水是烟波浩渺的蓝色大海，于是燕国的旗帜服饰就选定了蓝色。在七大战国中，唯有秦国没有确定宣示自己的国命德性，但却是举国上黑，令列国百般嘲笑。 说秦国荒蛮之地，不懂王化，秦国却是不理不睬，依旧黑色不改，在各国眼里成了一个乖戾怪诞、充满神秘的西部邦国。行辕外，六国各色大道旗在微微尘风中特别平展，旗面上的国号大字在魏惠王的高车上清晰可见。 每面大道旗下都整肃排列着本国的铁甲骑士，五色缤纷，斧钺生光。六国会盟实际上也是六国军容的无声较量。国君们带来的都是精锐之旅，幕下在行辕外全部展开，气势分外雄壮。五国君主高车骏马，各自立于本国的道旗下。东侧是楚宣王、齐威王。 西侧是燕文公、赵成侯、韩昭侯。当魏惠王那一片红云般的车驾仪仗缓缓推进到一箭之地时，鼓号齐鸣，乐声大起，肃穆祥和，气势宏大极了。听见了吗？奏的天子雅乐。赵成侯高声向韩昭侯道：“临车的韩昭侯淡漠一笑。” 战国啦，大雅凭谁都奏，何足道哉？赵成侯摇摇头，对韩昭侯的迟钝报以轻蔑的微笑。大魏国大魏王驾到，五大国君参见盟主。司礼高亢的宣颂，五大国君在高车上一齐拱手高颂，参见盟主。 魏惠王一阵冲动，连忙咳嗽一声，庄严拱手：“列位君主，魏婴有礼了。”红衣司礼高声诵道：“盟主携五大国君入行辕。”列位君主，请。魏惠王拱手谦让。魏王盟主，请。 五国君主也同声拱手谦让。宏大祥和的乐声中，魏惠王的车驾徐徐进入行辕，五国君主紧随其后，也徐徐进入了行辕。这时，庞涓的轻便摇车早已经驶出国君行列，与司礼大臣来到庞泽岸边的祭坛下等候。 这是一座三丈高的木架祭坛，依岸边土丘搭建。虽是临时急赶，但在大梁城能工巧匠的手中，却也是非常的坚固雄伟。祭坛下，魏国的两千铁甲骑士围成了巨大的环形旗阵，将祭坛围在中央。按照春秋战国的传统，举凡重大的诸侯会盟，一定要举行祭天大礼。 否则不能得到上天的庇护，但庞泽是一片大水，实在难以觅到一方祭天的高地。庞涓反复揣摩，独出心裁，向魏王提出在庞泽岸边水天共祭。庞涓认为，庞泽居天下四大名水之中央，具河济淮江之精华，实乃魏国之德水，自当与天相通。 六国会盟祭庞泽，将使魏国庞泽变成和鲁国泰山一般的圣地，魏国威德也将大昭天下。魏王极是受用，大为赞同。六国君主的车驾隆隆开到祭坛下时，朝阳下的庞泽水面已是金波粼粼，壮美异常。三丈余高的祭坛上，五色旌旗猎猎招展。 祭坛下，烟波浩渺的庞泽一望无际地伸展开去，水天相连，共一色，分外的壮阔。黄钟大吕奏起庄重肃穆的祭天雅乐，魏惠王踩着红毡直上祭坛，丝毫没有感到胖大身躯的累赘。三十六级台阶，竟然一口气登了上来，连自己都觉得惊讶。 这时，一个奇怪的念头闪过心中：愿上天护佑，使他在榻上折腾胡姬时也能如此清洁。这个念头很离谱，却又很实在。他想到回去告诉胡姬时她的娇嗔模样，不禁扑的笑了出来。 正在这时，啪的一响，翻卷飞动的五色幡旗的一角重重的打在了他的脸上，就像被人响亮的锅了一巴掌，醉过瘾，他的脸腾的涨红起来，连忙向正中央长案上的三生祭品深深一躬，展开竹简，高诵庞涓为他写下的那篇长长的祭文。祭坛下。 五车并列，五国君主昂头望着高高的祭坛，不约而同的冷笑了。祭文完了，讲了甚话？赵成侯见魏王走下祭坛，忙问左手的齐威王。齐威王微笑，回去问问太祝，自然知晓。祭祀大礼成。 司礼大臣抗声高颂，君主们一齐回过神来。庞涓摇车驶道，高声拱手道：“敢请各位君主回行辕歇息，午时会盟大典。”君主们回到各自行辕，并没有休憩，而是不约而同的召来各自的谋臣，琢磨庞涓昨晚公布的分秦谋划，反复敲定利害得失。 记忆如何在最紧要的会盟大典上提出被疏忽的重大利害。庞涓也向魏惠王详细禀报了五国君主的表态，剖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要求，并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对策。魏惠王十分满意，大大包扬了庞涓，而后又饱睡了半个时辰，起来时精神分外饱满。正当午时。 庞泽北山坡上的总帐在初夏的阳光下血红鲜亮，三十六面牛皮大鼓隆隆雷鸣。六通过后，会盟君主的各色车辆依次到达总帐行辕之外。总帐前横排四辆兵车，车上甲士各持一方红色大木牌，组成“六国会盟”四个大字。 兵车左右各有三面大道旗，东侧魏红旗、楚黄旗、齐紫旗；西侧赵红蓝旗、燕蓝旗、韩绿旗。六面大道旗之外，两百余辆兵车组成环形车阵，围绕着行辕总帐。环形兵车的中央，由八辆兵车排成一个巨大的圆门。 辕门入口处，六排六色直戈甲士列成纵深甬道，道中红毡铺地，直达总帐深处。总帐入口处有一方乐队肃然跪坐，手中抱器，端严异常。总帐中，六张王案摆成一个方形结构，北南各一，东西各二。北面的王座高出平地三尺有余。 非但造型宏伟，而且镶满珍珠宝玉，豪华辉煌。与之相对的南面王座高出地面两尺许，其余四案均贴地而设。每张王案上均有两只铜鼎，热气蒸腾。二十四名侍女分为六组六色，分列于六案之后。此时帐中六座皆空，气氛静谧肃,肃穆。 大钟轰鸣六响，正是午时首课。辕门入口处，红衣司礼大臣悠扬高轩，韩国韩侯道燕国燕公道赵国赵侯道钟鸣乐动，李宾官引导着韩昭侯步入辕门。他依旧身着绿色大袍。 头戴一顶青竹冠，似凝重又似愁苦的悠悠而来。虽在豪华的场面中显得寒素注目，但却坦然自若，目不斜视，直入大帐。相继跟进的是燕文公，消瘦的脸上三缕长须，蓝色大披风，头戴一顶高高的蓝玉冠，一派老贵族的矜持气度。他踏着极有节奏的步伐。 有意与前行的韩昭侯拉开距离。再次跟进的是赵成侯，一领红蓝披风，一顶高高玉冠，连鬓胡须，气度威猛。他是六位国君中年龄最长、掌权最长的长者，在甲士甬道中信步而行，随意打量着甲士的服饰、兵器，嘴角永远流露着轻蔑的笑意。乐声稍停。 三位国君被李宾官引导入座，韩昭侯坐于西侧末位，燕文公坐于西侧首位，赵成侯坐于东侧末位。燕文公对与之并坐的韩昭侯侧目一瞄，轻蔑而又无奈地闭上眼睛。赵成侯则对相邻虚空的守卫嗤之以鼻，仰脸望着帐顶。 为韩昭侯，平淡似水，肃然端坐。这时，辕门入口处的四礼大臣突然提高声音：“齐国齐王到！”年轻英挺的齐威王身披紫色大披风，头戴没有流苏的天平冠，腰系长剑，大步穿过假士甬道。帐口李兵官未及引导，他已径自走到东侧守卫入座。 将长剑摘下，横至案头。先入三军的目光一齐瞄向齐威王，各自带着含义不同的淡淡微笑。辕门入口处的司礼大臣又是高亢宣送楚国楚王到。”四名黄衣壮汉用壮如华杆的抬椅抬进肥大壮硕的楚宣王。 他那肥硕的大腹凸起在扶手之上，双手不断在肥腹上抚摸。一顶黄色无流苏的天平冠下，肥脸上细汗闪亮。一旁随行两名侍女不断用精致的大圆绸扇向他送风。今日祭坛下，他见魏惠王威风十足、风头出尽，心中很不是滋味儿。 揣摩会盟大典时要来一番非同寻常的气度，否则颜面何存？于是就有了这非走入帐的杰作。帐口里兵官引导台椅入帐，被庞涓早已分派好的四名壮汉抬扶入南面王座，两名纤细的侍女轻盈地跪坐两侧，时缓时急地摇动绸扇。楚王转动肥颈。 打量四国君主，情不自禁地大笑拍案，悠然道：“会盟大典，盟主何在呀？”先入四军，对楚宣王的乖张做作,作不约而同地显出蔑视，赵成侯和齐威王同声大笑，燕文公矜持地皱着眉头，嘴角抽搐，韩昭侯则不屑一顾地转过头。 望着大帐入口，司礼大臣突然抬高了嗓音：“大魏国大魏王到！”在宏大的乐声中，身着软甲披风的庞涓和一员顶盔贯甲的大将护卫着健壮而又略显肥胖的魏惠王缓步而来。 精神饱满的魏惠王身着一领大红披风，头戴一顶前后流苏遮面、镶嵌一颗光华四射宝珠的天平官。脸色凝重，目不斜视。李宾官连忙屈前引导魏惠王进入正北王座，两员大将侍立于后。五国君主座中一齐拱手，参见盟主魏王。 魏惠王自信平淡的点头受礼，环视全场有请，右手一伸。列位，这位是六国会盟特使，我的上将军庞涓。列位想是很与他相熟了。本盟主命庞涓上将军为会盟大典之长笔大臣。东侧的庞涓肃然拱手，庞涓参见五国君上，礼罢。 即走向魏惠王主案右前方，摆有笔砚羊皮的长案前入座。魏惠王左手一伸：“这是我的王弟公子昂，本盟主命他为会盟护军。”西侧大将挺胸拱手：“魏昂参见五国君上。礼”李霸傲慢冷漠的持剑肃立于魏惠王身后。 五国君主相顾探寻，却都是不动声色，面色矜持。司礼大臣高声宣诵：“六国庞泽会盟，盟主开宗。”魏惠王轻轻咳嗽一声，气度威严的开口：“六大国会盟，磋商有年，终归同心。会盟之宗旨，罢兵息战。” 安定天下，安定方略之大要有三：其一，六国盟誓，互不为战；若为盟誓，五国共讨。其二，议定六国边界，划定诸侯小邦的处置归属。其三，六国分秦，守定西土。本盟主以为分秦为当务之急，其余事项若有争端，可徐徐图之。 不知列位意下如何？说完，环视全场，并向司礼大臣示意。司礼大臣高宣：“盟主开鼎鸣钟。明终”钟声悠扬而起。魏惠王伸出铜钩，肃然搬下岸上石顶的顶盖。钟鸣鼎食，礼仪之要。列位，请开鼎畅饮。 随着魏惠王微笑着伸手作请，五位国君肃然开鼎，热气腾出，缭绕帐中。每座后的侍女跪行坐侧，用小铜勺将鼎中红亮的方肉盛到铜盘中。列位，鼎中佳味乃庞泽鹿肉极品，保长元神。魏惠王巡视四周，微笑道。 座中唯有楚宣王伸手不动，由侍女将肉送到口中。他细嚼一阵鹿肉，悠然开口：“盟主锁定分秦大计，我等竭诚拥护了。然则秦国近年情势如何？我等不甚了了了。魏国与秦国今年征战，尚请见告：秦国果能一鼓而下吗？” 语泰俨然以五国代言者居之。燕文公矜持地说：“楚王过虑了，秦国何足轻重？牧马起家，西蛮而已，国力贫弱，礼仪不修，何堪六国一击也？”赵成侯最腻烦这个燕国，冷冷笑道：“不堪一击。” 只怕我赵种也得费劲也。言外之意明显不过，你燕国只怕是力不从心。韩昭侯很怕这时争吵起来，闻言圆场道：“分秦大计原本便无争端，然则中原各国和秦国来往甚少，近年秦氏的确知之不多，此为楚王、燕公、赵侯担心之所在。” 盟主若有切实的分秦良策，尚请见告。齐威王只是悠然饮酒，一言不发的看着场中微笑。啪的一声，魏惠王拍案大笑：“本王实不曾想到列位竟在此处担忧。本次会盟何以要六国分秦？究其境，秦国正在最小、最弱、最混乱之时。” 秦国穆公之时，有整个八百里渭水平川，再加上河西三百里和后来夺取的西戎之地，地广两千余里。当其时也，秦国是除晋国以外的第二大诸侯。然自战国以来，我大魏国非但将秦国的河西三百里抢了过来，且又将崤山地带与函谷关以西三百里抢了过来。赵国夺了秦国。 西北部一百余里，燕国也夺了秦国北部将近一百里。如此一来，秦国已经龟缩到华山以西，地不过七八百里，人众不过一两百万，可用之兵不超过十五万。如今我六大强国能容其苟安，已是大仁大义了。今六国联手一鼓而下，岂非易如反掌？楚宣王按捺不住。 推开向嘴里喂鹿肉的侍女，肥厚的大手一拍长案：“言之有理啦！我大楚有可战之兵五十万，魏国三十万，齐国二十五六万，燕国二十万，赵国二十多万，韩国十八九万，任哪国也比秦国强出许多啦。会盟之后，我大楚国当先出兵啦。”韩昭侯冷笑。 楚王要先下手为强。楚宣王尴尬地呵呵一笑：“岂有此理！韩国与秦国可是近在咫尺嘞。”齐威王一直默然观察，此时淡然道：“若以楚王算法论战力，楚国是当今第一强国了。”楚宣王又是一阵尴尬。 齐王笑谈了，不是说秦国吗？赵成侯悠然笑道：“齐王言之有理，我等不要大意。六国分秦，勿在一鼓而下。单言时日，必生变故；而论陈兵决战，秦国虽弱，必作困兽之斗，急切未必能下。” 以赵种、种、于剑，必得双管齐下，方能一鼓分秦。双管齐下，何意？魏惠王大感兴趣。一则，六国各出兵五万，压向秦境；二则，策动秦国西部后方的戎狄部落叛乱，内外夹击，秦国纵有回天之力，也当不战自溃。 六国坐收渔利，岂不妙哉？赵成侯从来没有如此自信、悠闲的讲过话，妙也！一席话落点，满座拍案副掌，大笑不止。六国君主终于在双管齐下的谋划中，一扫最初疑虑，在眼看到手的利益面前，达成了一致。 也使会盟大典终于产生出所需要的热烈高潮。魏惠王兴奋地咀嚼，列位，魏赵侯妙算奇策，甘此一绝。干！六国君主第一次同声相应，一饮而尽。魏惠王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满脸笑意地看看庞涓：“上将军，以为如何？” 庞涓心中很不是滋味儿。平心而论，赵种的谋划的确老辣，对于一个衰败小国可谓是内外霹雳。庞涓感到不是滋味儿的是，自己为何没有想到这条奇迹？如今由赵种提出，赵国在六国分秦中的分量，无疑将大大加重。这对魏国的利益和盟主权威，必然有所减弱。以兵法而论。 庞涓出了谋划，赵种出了一支骑兵，最多打了个平手，这对自己也不利。魏王素来疏于智计，还兴高采烈地为赵种喊好。不行，必须压压赵种。想到这里，庞涓肃然站起，恭敬地还场拱手道：“列位君上，灭国战胜，积政相因，正道为主，基数为辅。” 六国分秦，实力第一，没有破国摧城之威，纵然奇计百出，也无以奏效。庞涓以为六国首要之点仍在大兵压秦。赵侯谋划辅以奇计，为六国分秦增一树之木，诚可贵也。一席话落点，偌大帐中静得出奇，连魏惠王也困惑的看着庞涓不说话。 赵种却是突然间爽朗大笑：“高明，上将军高明！六国分秦，自当靠魏国的三十万铁骑当先。我赵种这点东西算个鸟啊！”一句粗俗，大雅之堂轰然大笑。庞涓的正告顿成子虚乌有。魏惠王微笑着举起手中铜爵：“列位，会盟大典异常圆满。” 甚合本王之意，来为六国分秦，安定天下，甘此一决。五国君主一齐举绝相向，六国分秦，安定天下，甘。第二章，国耻昭昭。一，金令箭使者飞驰岳阳。黄河南岸的大道上，一个红衣骑士向西飞驰。 渐渐进入两山夹峙的谷口，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幽暗漫长的峡谷，仿佛大山之中开了一个抽屉。这就是闻名天下的函谷险道，因其纵深有如一个长长的匣子，时人称其为函谷。这条函谷险道地处黄河骤然折成东西流向后的南岸，东起崤山。 中间穿过夸父逐日、大渴而死的桃林高地，西至桐水渡口，莽莽苍苍，长一百余里。峡谷两岸高峰绝谷，峻拔迂回，一条大道在谷底蜿蜒曲折，是山东通往关中的唯一通道，号称函谷天险。千余年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样记载古函谷关。 遂岸高天，空谷幽深，剑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后世东汉名士王元，雄心勃勃地为当时的西汉豪强魁霄策划云：“请以一丸泥，东风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必足霸矣。”战国之后百千余年。 函谷关尚有如此的险峻雄姿与要塞功能，足可见战国时代函谷天险的荒绝险峻。西周时期，函谷本无关隘。周平王从镐京东迁洛阳之后，将原来是周氏王畿之地的渭水平川全部封给了秦部落。秦成为诸侯国后，天下进入动荡不宁的春秋时代。 为了防止山东诸侯西侵，秦国在函谷天险的东口筑起了一座砖石城堡，顺着函谷的名字，便称了函谷关。不想这座简陋的关城，却在兵戎相向的数百年间大大起了作用。山东诸侯的隆隆战车，总是无法逾越这道狭长险峻的山谷。随着秦穆公称霸，秦国扩张。 函谷关便也闻名天下。进入战国初期，魏国率先变法而强大起来，对穷弱秦国开始了长期的蚕食。名将吴起训练出的轻装骑兵与重甲武卒大显威力。二十多年间，秦国在黄河西岸的数百里土地被魏国一仗仗全部夺去。作为天险屏障的函谷关与萧山桃林高地。 丢失了，石门要塞、桐水渡口等东部屏障也被魏国尽数占领了。若非吴起后来被迫离开魏国，这位和天下诸侯大战七十四次、无一败绩的著名统帅，绝不仅仅只将秦国压迫到华山以西。沉重的牛角号在城头响起，红色的魏字大道旗完全消融在晚霞之中。 当红衣骑士风驰电掣般飞到关下时，函谷关城门正在隆隆关闭。这匹神骏的黑色坐骑通灵之极，长嘶一声，从行将合拢的石门中腾跃而过，引起城头兵士的一片高声喝彩。“过关者何人？”城头将军高声喊问。“华山营赤候。” 一声长长的回答飘在身后，其势早已在一里之外。函谷关对于秦国是曾经的国门咽喉，而对于时下的魏国却是国土内的一座寻常关口而已。所以魏国函谷关的盘查远远不如秦国函谷关时的盘查严密。城头守军见出关者是魏国军事装束。 又报号华山营赤候，也就没有派飞骑追赶盘查，反而聚在城头高声议论赞叹这个赤候的高超骑术和罕见良马。在夕阳落下的余晖中，骑士骏马像一朵红云向西掠过空旷的原野和滔滔的河流，眼见左手的华山已经遥遥落在身后。 骑士脱下身上的红色披风，用力向地上一摔，顿时变成了一个黑衣劲装的秦国骑士。他愤怒地高声骂了一句什么，想坐下马，大吼一声。神俊的黑色战马突然间人力一声长长的嘶鸣，展开四蹄，腾空奔驰，箭一般向西而去。渐行渐西，遥遥可见苍黄透绿的原野上。 伫立着一座黑色城堡，从远处看，这座城堡很小。在夕阳余晖中，城堡的剪影像一只黑色巨兽。随着黑衣骑士的骏马飞驰，渐渐可见背向夕阳的东门箭楼上有黑衣甲士游动，猎猎飞动的黑色大道旗上大书一个白色的“秦”字。这。 就是秦国都城岳阳，它坐落在渭水的一条小支流岳水的北岸。这座小城堡是秦立国四百年以来的第三座都城。当初秦国始封诸侯时，周平王已经东迁到洛阳去了。关中的镐京、丰京已经在戎狄入侵中化为焦土废墟，根本不可能作为秦国的都城。 秦国第一任国君秦襄公便将都城设置在靠近自己西部根据地的陈仓山东口。第二代国君秦文公又将都城东迁三百里，设在了渭水北岸的雍城，一直稳定了三百多年。到了战国初期，秦国被魏国屡次攻城陷地，秦献公壮怀激烈，决然。 将都城东迁到距离魏国华山军营不到三百里的岳阳小城，向天下宣誓，从此誓死不向西退一步。这座岳阳小城作为都城，实际上也是作为最前方的军事要塞建立的。城方虽然很小，每边只有一里，方方正正四里多。 正是春秋战国时代常说的那种“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的典型小城，但却全部用大石条砌成，城墙也比寻常城墙高出三丈有余，连箭楼也是石板垒砌的。作为进出口的城门，则是两块巨大厚重的山石。也就是说，整个城堡的外部防御构造没有一寸木头。 寻常的火攻根本无伤城堡之毫发。然则使人更有强烈印象的是，这座城堡的城墙和箭楼全部都用黑色的山漆厚,厚厚涂抹，黑亮光滑，非但威猛可怖，而且爬城偷袭者也决然无计可施。 这座高高耸立在越水岸边的险峻城堡，因为临近魏国的华山大营，所以防范很是严密。在这暮色苍茫的时分，高高的城头上已经响起了呜呜的牛角号，城门外原本稀疏的行人已加快了脚步。三遍号声之后，岳阳城门就会隆隆关闭。快马渐进，黑衣骑士没有减速。 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支足有两尺长的金制令箭，高高举起。虽是傍晚，长大的金令箭依旧在马上画出一道闪亮的弧线。金令箭，使者道：“行人闪开！”城门将领举剑大喝，两列甲士肃然立定，城门内外的行人哗的闪于道旁。黑衣骑士高举金色令箭。 飞驰入城。岳阳城内，街市萧条冷落，和大梁城繁华锦绣的夜市相比，这里简直就是荒凉偏僻的山村。店铺灯火星星点点，街边行人疏疏落落。悠悠摇曳的灯光下，可见世人衣着粗简，时有担柴牵牛者在街中匆匆穿过。 在这条直通秦国国府的短街上，既没有一辆哪怕是简陋的牛拉摇车，也没有一个衣饰华贵的人物。店铺前的人们进行着简单的交易，或钱货两清，或物物交换，都在默默进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争执。小城短街静而有序，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慌乱。 所有这些都在无声地表示，这座小城堡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已经不知道恐惧为何物了。当骑术娴熟的金令箭使者纵马从街中驰过时，马不嘶鸣，人不出声，也没有任何一个世人高声呼喝，街中行人迅速闪开，一副习以为常的坦然神色。瞬息之间。 黑衣快马逼近短街尽头，一片高大简朴的青砖平房。这片砖房被一圈高高的石墙围起，仅仅露出一片灰蒙蒙的屋脊。正中大门由整块巨石凿成，粗犷坚实。大门前两排黑衣甲士肃然侍立。金令见使者骤然勒马。 骏马人力昂首嘶鸣，石门前待见将领拱手高声道：“君上有令，禁令见使者无需禀报，直入正室堂。”黑衣人从马上一跃而下，甩手将马缰交给将领，大步匆匆直入石门。不想几步之后却一个踉跄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他嘶哑地摇手：“快，扶我，正室堂。” 四名护卫军士立即抢步上来，抬起使者，疾步进入国府宫。说是国府宫，实际上是一座九开间的六进大宅院，外加一片后庭园林。如果放在魏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大夫的住宅规格；在齐国，也不过上卿规格。府中房屋一律是特大方砖块砌成。 地上则是一色青石板，没有一片水面，没有一片花草，唯一的绿色是正室堂后边的一片胡杨林与几株松树，简单实在的冷冰冰的。第一进是国府各文书机构，第二进是国府中书正室堂，这正室堂是一座六开间的青砖高房，坐落在院落正中央。 两边是通向后进的偏门，正室堂本身分为两大部分，东侧为国君聚集大臣商议大事的正厅，西侧为国君处理日常政务的书房。以实际作用论，西侧书房才是国府的灵魂与中枢之地。此刻，西书房已经亮起了灯光。 这是一间陈设整肃简朴的书房，地上没有红毡，四周也没有任何纱帐、窗幔之类的华贵用品。最显眼的是三大排书架，满制竹简与羊皮书，环绕了三面墙壁。正对中间书案的墙面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列国地图。画地图的羊皮已经没有了洁白与光滑。 乌沉沉的显示出他的年深月久。地图两旁挂着长剑与弓箭，所有的积案书架都是近乎于黑的沉沉紫红色，使正室堂颇显得威猛神秘。房间只有一盏粗大的牛油灯，不是很亮，风罩口的油烟还依稀可见。一个人站在地图前。 沉思不动，从背面看，他身材挺拔，一领黑袍上没有任何装饰，头发也用黑布束起。端详片刻，他一声长吁，一拳砸在羊皮大地图上，忧愤而沉重。一名白发老内侍守在正室堂门口，没有表情，没有声息。 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从院中传来，白发老内侍警觉，立即轻步走下台阶。四名军士抬着黑衣使者匆匆而来，放在老内侍面前。黑衣使者艰难地向老内侍一扬手中金令箭，老内侍立即高声报号：“金令箭使者觐见。”“咣”的一声，书房内好像撞倒了物事。 只听一阵急促脚步声，书房主人已经快步迎了出来。窗户透出的微光下，可见他是一个相貌敦厚的青年，眼睛很细很长，嘴唇很厚，嘴角引入两腮极深，厚重中透出刚毅、英健与从容镇静。他不是别人。 正是书房的主人，秦国新君赢渠梁，后来人说的秦孝公。他疾步来到黑衣使者面前，蹲下身一看，一句话没说，便伸手扶住黑衣人，要抱他进去。老内侍拱手拦住：“君上，我来。”说着，两手平身插入黑衣人身下。 将黑衣人平平端起，步履清洁地走上台阶，走进书房。秦孝公对四名军士匆匆说一声：“你们去吧。”军士们躬身应命间，他已经大步走进书房。黑衣使者被平放在书房的木榻上，灰尘满面，大汗淋漓，胸脯急速起伏。他见秦孝公进来，连忙挣扎起身。 君上，大事不不好。秦孝公摇摇手：“你先别开口，回头吩咐黑伯热酒，快。”话音落点，老内侍已经从门外捧来一铜盆冒着微微热气的米酒。秦孝公接过，双手捧到黑衣人面前，黑衣人热泪骤然涌出。 猛然捧住铜盆，咕咚咕咚一气饮干。秦孝公接过铜盆，递给老内侍，回头拉住黑衣人的双手：“景监，辛苦你也。”一盆热酒使金令箭使者景监面色红润，脸上的汗水、泪水一齐流下。他撩起衣角就要擦拭，秦孝公却已经递过来一条绢帛汗巾。 景监接过，拭去脸上汗水泪水，精神顿时焕发。这是一个英挺俊秀的青年，若没有久经风霜的黎黑肤色，当算是一个丰神俊朗的美男子。他费力站起，深深一躬：“君上如此待臣，景监如何报答？”秦孝公爽朗大笑：“你为国舍命。” 赢渠梁又如何报答？老秦人不说虚话，来，说说你带回来的消息。景监原本是充满惊恐，长驱赶回的。他本能的感到，秦国已经到了真正的生死存亡关头。从庞泽到岳阳两千余里，他两天两夜，只是在三次喂马的空隙里吃了几块干牛肉。 他的大腿内侧已经被粗糙的马鞍磨出了红肉，疼得他一路上不断咬牙吸气。那匹罕见的西域良马平时根本不用马鞭，可是这次竟然被他抽得遍体血痕。颈间痛心地不断咒骂自己，可是还是不由自主地猛抽战马。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飞到岳阳。 可是，当他见到和他一样年轻的国君时，秦孝公那种异乎寻常的定力，却使他深为惊讶。景监和大多数秦国臣子一样，对这位刚刚即位半年多的国君知之甚少。少年时代，景监还曾经和这位当时的公子在战场上共同打过几年仗，两个少年骑士交情甚密。 有人嘲讽说：“赢渠梁如果当了国君，景监一定是国君的弄臣。”然则，秦国连年打仗，动荡不定，景监早早就随父亲转移到了西部战场，赢渠梁却一直留在东部与魏国作战。只是在去年的少梁之战前夕，他才奉命东调，做了前军副将。戎马孔总疏忽十年已经过去。 两人几乎没有谋面的机会。年前新军即位的动荡时刻，景监奉赢虔之命，率四千铁骑隐蔽驻扎岳阳城外做紧急策应。虽说因局势未乱，没有派上用场，但这位前军副将的耿耿忠心却因此而尽人皆知。一个月前，风闻六国将在庞泽会盟。 新军赢渠梁竟然直接点将，派景监为金令箭使者，赴魏国秘密活动，探听消息。景监感到，国君肯定已经嗅到了六国会盟的异常气息，因为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非常特殊的重大差遣是从来不启用金令箭的，但凡持有金令箭者。 不但在秦国可以通行无阻，而且在外国遇到秦国人，也可以命令他们做所需要做的任何事情。新君首次启用金令箭，足见其对六国会盟的警觉和重视，足见对他这位少年挚友的信任。可是，当这位新君看到自己风尘仆仆地拼命赶回来时，竟然阻止了他的挣扎，禀报，以异乎寻常的细心和真诚。 关照着他的鞍马劳顿。景监身为军旅子弟，从小见过不知多少王公贵族，那种颐指气使的架势，几乎是所有贵族难以克服的痼疾。而这位青年君主却是那样的质朴厚重，举止言谈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浮华。一刹那间，景监想起了一句老话：“刚毅木讷，可成大器。” 虽则感动，景监还是着急，喘口气，沉重急促的道：“君上，山东六国会盟于庞泽，盟主是魏惠王，会盟主词是六国定天下。更要紧的是，六国订立了三条盟约：其一，六国互不用兵；其二，划定吞并小诸侯的势力圈；其三，六国分秦，共灭秦国。” 而后对齐国转补土地两百里。秦孝公就站在景监对面，脸色越来越阴沉。听景监说完，他半晌没有说话，也没有挪动，双眼只是盯着窗外的沉沉夜色。君上，景监有些惊慌，轻轻叫了一声。 秦孝公默默踱步，转到书架前，突然发问：“六国准备如何分秦？可有出人意料的谋划？”臣买通了一个护卫庞泽行员的千夫长，化妆成他的随从，在魏惠王总帐外巡查警戒。但在会盟大典时，那位千夫长被派遣到猎场准备会猎事务，臣也只得同去，是以。 会盟的细务谋划，臣无法于仓促间得知。会盟次日，臣假装维权野路，逃离猎场，星夜奔回。景监话语中有深深的歉疚自责。无关大局，想想办法，继续探听。秦孝公语气很平淡。景监拱手道：“是君上，臣立即再赴大量 不用了，你留在岳阳，打探之人你另派干员就是。景监似乎还想再度请命，却终于说出了“遵命”二字。秦孝公还在踱步，几乎是一步一顿，停比走多。景监站在厅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看到这位年轻君主沉重的步子，他真切的感受到了国君内心的压力。面对灭顶之灾，任何惊慌失措都可能是正常的。如果面前这位新君流泪哭喊或无所措手足，景监反倒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会给他讲述秦国屡次度过的危难，会给他提出路上想好的各种主意。 可是，面前这位年轻的君主竟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哪怕是瞬间的惊慌，这种定力、这种静气，反倒使景监感到了无所措手足，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对策讲出来。景监，秦孝公终于回过头来，平静如常。你且先回去大睡一觉。 我得静下来，好好思谋一番。明日清晨正式堂朝会，你也参加，我等君臣共商化解之策，如何？君上保重，臣遵命。颈间激动的声音颤抖。二，秘密流言震动了秦国。 这天夜里，岳阳城弥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躁动和不安。金令箭使者带回的消息尚来不及从国府中传出，按说这座久经风浪的小城堡应该是安静如常的。但让秦国人想不到的是，山东六国为了在瓜分秦国的行动中争得各自利益，先行摸清秦国底细。 各国在会盟之前，便已经向秦国要地派了大量的商人间谍，他们潜入秦国，一是搜集军情政情，二是散布流言，制造乱局。这些渗透秦国各地的密探，千方百计地结交国府重臣和地方官员，将六国分秦的消息秘密透露给他们，图谋能分化秦国上层，能瓦解那些顽固的老秦人。 那时候，秦国由于长期被魏国封锁在骊山以西，财货匮乏，国弱民穷，所以对那些以经商为名且带来罕见财货的商人格外宽厚，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们会是六国坐探，对他们传播的消息也认为是民间传言，从不在意。按照庞涓事先的秘密指令。 六国会盟一结束，便是密探们在秦国各地制造、散播流言的发动日。金令箭使者黄昏进入岳阳，是谁都知道的大事。他给了贱人们一个信号，他们出动的时机到了。在夜幕落下的时候，零零星星的店铺里开始有了游荡的神秘生意人，一边买点东西，一边漫无边际的和店主与客人攀谈。 无意中说到听到的坏消息，还有一些和岳阳老秦人有来往的客商，便带着几条干肉登门拜访老友，在有意打探老友是否知道坏消息的同时，无意地说出六国大兵压境的更坏消息。不消两三个时辰，坏消息便在岳阳城弥漫开来。小小岳阳城只有五六万人口。 居住的都是老秦国的本土之民，他们世世代代都和山东打仗，本来对哪国要打秦国这样的消息，从来只当做没听见。可这次不同，这次是山东六大国同时对秦国用兵，秦国岂不是面临灭顶之灾了吗？那要死多少人？城池、土地、店铺、牛羊、老人、孩童，难道都要毁于一旦吗？ 人群之中的慌乱恐惧是相互感染的，弥漫感染中又无形夸大着这种恐惧和慌乱。素来镇静自若的岳阳城，一夜之间竟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这一切，秦孝公和秦国重臣都无从察觉。慌乱在黑夜继续弥漫着，加重着。 天骄四古时，正室堂书房依然烛火通明。秦孝公一直在羊皮大图前转悠沉思，时而停下来在竹简上写几个字，便又开始转悠。老内侍黑伯将那一顶炖羊肉已经烧了五次，还是依旧放在书案上。黑伯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重热。 绝不去出声打扰他的年轻君主，相反，看见君主沉重的思虑，他白发苍然的老脸上倒是分外安详。先君献公剑伤发作，行将辞世前，曾指着他对这位未来君主说：“黑伯历经秦氏三世，忠贞高义，渠梁善待之。”为了这一个嘱托。 老内侍黑伯打消了回归西域故土的念头，仍然留在了新君身边。久经沧桑的黑伯对新君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这位年轻人竟然具有和他这样的老人一样的深沉，说话极少，大多时间都在书房里翻阅那无穷无尽的竹简，忘记吃饭，决然比准时吃饭的次数多。凭经验。 黑伯知道，对这样经常皱眉深思的主人，绝不能唠唠叨叨地提醒什么。打碎一件器皿，他会一笑了之；可搅扰打断了他的沉思默想，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当国君沉浸在苦思冥想中时，黑伯永远耐心地肃立在书房外的阴影里，等待着满足他醒悟过来的任何需求。突然， 黑博听见了轻微的异响，一个纵跃，轻轻落在了院中。黑博，雍城来使吗？秦孝公平静的声音从书房传出。话音落点，宫门将领已经大步走入，向亮灯窗户拱手道：“禀报君上，雍城令星夜东来，从密道入城，请求紧急觐见。快请。” 秦孝公已经走出书房，站在了檐下。将领飞步而出，片刻间，满脸灰土的一个黑衣人站在了秦孝公面前。雍城令迎山夜半唐突，尚请君上恕罪。秦孝公走下台阶，打量着须发灰白的雍城令，笑道：“看来，岳阳密道太窄了，竟使老叔……” 变得土鼠一般，说着拉起雍城令的手，来到书房说话。黑伯，来一顶炖羊肉。刚进书房坐定，雍城令便急促拱手道：“君上，雍城流言四起，都说山东六国要一起攻打秦国，吞并秦国。雍城已经有民众逃亡了。” 我连夜东来的途中，见到封号之地的民众也在稀稀落落的向东逃亡。老臣不知究竟出了甚事，再不制止，秦国腹地就要不战自溃了。秦孝公豁然站起，略一思忖，断然命令：“黑伯，即刻办理几件事：一，立即命得力护卫到岳阳城内探听动静；二。” 选岳阳令，立即来见。三，速持兵符，调遣两千骑士，半个时辰后在国府门前待命。四，请左庶长即刻选派二十名干员待命。刚刚走进书房的黑博放下石鼎，答应一声，轻步去了。雍城令豁然站起。 君上有何差遣，臣当万死不辞。秦孝公压压手，你先吃完这顶羊肉，攒点劲力再说。这时，庭院中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秦孝公眼睛一亮，一员顶盔贯甲的将军已经站在面前。岳阳令子岸奉命觐见，子岸。 好快也！臣巡查到国府门前，恰遇公使宣召，即刻来见。好，秦孝公面色骤然严峻。可曾察觉岳阳城有何动静吗？岳阳令沉吟，摇头。臣并未察觉到有异样，只是，只是感到今夜街上的行人多了些。 往日四更天，街中很少碰到行人。秦孝公微微冷笑：“你也忒迟钝了些。岳阳、雍城乃至整个秦国，已经谣言四起了，已经开始有人逃亡了。一夜之间，谣言遍布秦国，这只能是山东六国的秘密坐探所为，绝非由他。秦国。” 不怕大兵压境，最怕内部山崩。今夜就是秦国生死存亡的关口，明白吗？一席话语气严厉，神色凛然。是，臣下愚钝，请君上惩戒。岳阳令躬身请罪。给你增派两千攻事亲兵，限你天亮之前将岳阳城的六国商贾全部拘禁起来。 不许触动财货，不准打杀一人，要他们衣食如常，全部存活下来。死伤一人，唯你是问，能办到吗？能，臣下若有半点差池，提头来见。岳阳令激昂领命。这时，白发苍苍的黑伯已经无声的站在书房门口，双手捧着兵符道：“君上，两千亲兵骑士已在宫门。” 列队等候。秦孝公点头，黑伯将兵符交给岳阳令子岸，即刻启动。岳阳令子岸接过沉甸甸的青铜兵符，双手一拱，臣告退，大步而去。君上，老臣想即刻赶回雍城，拘禁六国商探。 雍城令已经在秦孝公向岳阳令布置时感到了事情的急迫和严重，也从新君的论断中得知了危险的根本所在。刹那之间，他对这位年轻国君的刚毅果决与迅疾处置由衷钦佩，匆匆吞下一顶肥羊肉，便豁然起身请命。秦孝公拉起雍城令的双手，殷殷叮嘱：“老叔。” 雍城是老秦根基所在，也是镇守西部之大本营，绝不能被六国商探搅乱。为了老秦国不断送在我辈手中，辛苦老叔了，君上。雍城令眼中泪光闪闪。老秦族百炼金刚，营山决然不辱君命，老臣告辞了，老叔且慢。 秦孝公回头对黑伯吩咐：“立即将我的同云驹前来等候。”又回头道：“老叔，我再派二十名特使跟你一起出发，沿途城池各留一名，宣谕公事急令，搜捕拘禁六国赤候作探。沿途各城若有阻碍抗拒者，老叔有先斩之权。” 说完，回身在剑架上取下那柄铜锈斑驳的古剑，双手捧到雍城令面前。这是先祖木工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雍城令当然知道这柄木工铜剑的巨大权力，也分明感到了新军将稳定西部的重任像山一样压在了他的肩上。 他恭敬的接过青铜生死剑，抱在怀中，向秦孝公双手一拱，大步走出书房。国府大门外，黑伯牵着一匹火焰般的雄骏战马，在静静等候。见雍城令出来，躬身道：“大人，左庶长府二十名特使在此等候。”雍城令迎山眼睛一扫。 二十名特使，人人身穿软甲，背上各背一个长长的竹筒。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便高声命令：“全体上马！”二十名特使齐刷刷跃上马背。此时，雄俊的童云居看见了宫门台阶上的主人，不禁前蹄刨地，挥挥喷鼻。秦孝公大步走下台阶，拍拍童云居的头，一指雍城令。 同云，你跟老叔跑一趟雍城，有劳了啊。童云居短促嘶鸣着，蹭了蹭主人的脸，便安静下来。秦孝公双手将马缰递给雍城令，老叔，请上马。雍城令接过马缰，翻身上马，一抖马缰，同云居向秦孝公一声嘶鸣，驰向长街。秦孝公正欲回身，却闻马蹄如雨。 又一匹快马飞到，来人翻身下马，拱手高声道：“左庶长赢前，觐见君上。大哥，好，我正要请你来。走进去说，君上四更天需要二十道特使策命，是非寻常，我自当立即赶来。”秦孝公显然感到高兴，左庶长赢前来的正是时候。进得书房。 秦孝公将六国会盟与夜来的危机情势以及自己的部署匆匆说了一遍。赢虔听完后，大刀眉拧成了一窝疙瘩，拍案骂道：“魏婴，狗彘不食！秦国那么好吞，崩掉肥子满口狗牙！”秦孝公忍不住一笑：“大哥呀，目下是我们腹心疼痛，可有良药？” 赢前似乎感到方才有所不妥，肃然正容道：“君上莫担心，先使国中安定，而后再议对付山东六国。岳阳与雍城老秦人居多，不宜大乱。目下应急之策，当在拘禁六国奸商与秘密斥候之后，即刻派出数十名文吏，到城中国人中宣谕辟谣，大讲六国分秦乃虚张声势。” 公事自有应对良策等。岳阳国人久经风浪，已经国府挑明，人心自安。雍城与渭水平川的安定，当也不难。只有北地陇西、商榆几县山高路远，要费些许功夫。大哥所言甚是，此事需要即刻部署，就请你在国府选出干员，半个时辰后。 到民众中宣谕，务使人心安定。山区边地，国府另派特使星夜前往。秦孝公起身，郑重的拱手叮嘱：“大哥，兹事体大，务请不要假手于人。”赢钱肃然拱手：“君上放心，赢钱当亲率力员到城中宣谕。”说完，大步匆匆出门去了。 秦孝公送走左庶长赢前，沉思有请，吩咐道：“黑伯，给我一身平民衣服，我要到城中走走。”“君上，你可是一天一夜没吃没睡了。”黑伯终于忍不住轻声劝阻。“黑伯，你不也一样吗？”年轻君主笑了。 六国亡我之心不死，吃水何能安宁？去吧。黑伯无声无息的去拿衣服了。这中间，派出去探听城内动静的内侍和文吏纷纷来报：岳阳城的确是人心惶惶，有人甚至收拾家当，准备天亮借出城耕耘之机逃走别国。 岳阳令率领两千军士正在搜捕六国商人密探，密探们哭哭闹闹，城中鸡鸣狗吠，国人民户很害怕，几乎家家关门了。秦孝公听得心中不安，更是决意走出国府，看看国人乱成了何等模样。岳阳可是秦国和山东六国誓死抗争的根基，岳阳一乱。 秦国岂能安宁？这时，黑伯捧来了一身粗麻布衣服，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寻常的布衣老人，矍铄健忘的神色从脸上神奇的消失了。黑伯，你，也去吗？秦孝公颇感惊讶。黑伯点点头，九九老秦，共赴国难。 先人留下的老话。刹那之间，年轻君主的眼眶湿润了。他默默接过粗布衣，穿好，声音暗哑地说了一句：“黑伯，走。”便大步出门。当一老一少两位布衣秦人走进曲折狭窄的小石巷时，岳阳城中的雄鸡开始打鸣了。 高高耸立的岳阳城箭楼现出了一线微微的曙光。三，郑世堂憋出了一条奇迹。景间走出家门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东山却已经是红灿灿的了。凭多年栉风沐雨的战地经验。 他知道今天一定是非雨即阴，不由加快脚步向国府走来。秦国连年打仗，已经打得很穷了。像他这样仅仅直同下大夫的将军，是不可能有一辆牛车可乘的。骑马吧，战马缺乏。为了节省马匹马力，秦献公时已经下令禁止秦人在城内骑马，禁止使用战马耕田驾车。 几十年来，秦国官员对岳阳城内的安步当车已经习惯了。所有的大臣都没有摇车，只是几位年届古稀的元老才有国君特赐的走罗作为代步。在这样的都城中，人们是无法想象魏国大梁、齐国临淄那种车水马龙的富庶繁华景象的。岳阳的早晨从来很安静。 洒扫庭除的世人也是疏疏落落的，虽说对岳阳城这种平静已经习以为常，但景监还是察觉到了今日清晨的异常迹象。国府大街上有五六家山东商贾开的店铺，他们的货品丰富，殷勤敬业，从来都是黎明即起，打开店门洒扫庭除，今日却如何全都没有开门？ 再看看往日清晨出城耕耘的牵牛农夫，也是一个没有；国人开的几家小铁铺，也没有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对，一定发生过自己不知道的异乎寻常的事情。昨夜挑选并派定去大梁的秘密斥候后，已经是二更天了，颈肩几乎是被人抬上卧榻的。 一夜酣睡，直像战场野宿一样深沉，又能知道何事？猛然想到六国分秦，景监一下子紧张起来，放开脚步便向国府跑来。赶到正室堂前，景监却听到东侧正厅传出一阵轰然大笑，心中好生疑惑，急赶几步走上台阶，高声报道：“前军副将景监觐见。” 正听传出秦孝公声音：“景监将军，进来，就等你了。”景监跨进大厅，见黑红两色的宽敞房间里，秦孝公在长案前微笑走动。三级石阶下的大厅中，分两边坐着四位大臣，分别是左庶长赢虔、上大夫甘龙、中大夫杜志长史公孙贾，岳阳令子岸。 则站在中间，正比比划划的学说着什么。君臣几个显然是因为他大笑的，景监感到疑惑，看看秦孝公，又看看大臣们，嗫嗫如如，不知如何是好。秦孝公招招手，指着长史公孙贾后面空着的一张书案，景监坐那里吧。子岸，你把夜里的事再说说，让景监也明白。子岸。 就把昨夜谣言如何流传，君上如何下令，他自己如何率领军士搜捕拘禁六国商贾密探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到那些以商人面目出现的六国密探，在被拘禁后的狼狈丑态时，子岸绘声绘色。有个长胡子、大肚子的楚国商人，正在一个老秦户的家里低声吹嘘魏国上将军庞涓的厉害。 我带着三个军士越墙进去，命令他跟我们走。他扑通跪在地上，拉长声调就哭：“老秦爷爷，我是商人啦，不是斥候啦，你们不要杀我啦！”我说：“谁要杀你啊？跟我们去住几天就行了。”他又哭：“不杀我，叫我去何处啦？我有地方住啦。我心中气恼，大声喊他：“换个地方，叫你对着墙吹嘘，未果。” 他一听，吓得浑身乱抖，不断叩头打拱，求求你老人家放了我啦！我有十六岁的小妾送给你啦，你马上跟我去领走啦，不然我马上送到将军府上去也行啦。还没说完，君臣们就又一次同声大笑，颈间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上大夫甘龙摇头感慨。 危难当头，人心自见也。此等人竟然也立于天地之间，怪矣哉！上大夫以为该如何处置这些奸商？中大夫杜志虽是文臣，却颇有粗猛之相，问话高声大气。甘龙冷冷一笑：“秦自穆公以来，便与山东诸侯势不两立。” 密探赤候太过阴狠，唯有一策，斩草除根，悉数杀尽。秦孝公本来正准备将话题引入沉甸甸的秦国危机，却不想杜挚无意一问，竟是他心念一动，也想听听大臣们对这件事的想法，就没有急于开口。待甘龙讲完，他想到昨夜自己的命令，心中不禁咯噔一沉。 秦孝公没有想到，他和元老重臣之间竟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他静下心来，准备再听听其他臣工的说法。甘龙话音落点，杜挚立即高声呼应：“上大夫高见，山东奸商是我秦国心腹大患，不杀不足以安定民心。”长史公孙贾看看厅中，微笑道。 姿势体大，当先听听左庶长主张。左庶长赢钱，自然知道国君昨夜的部署，平静回答：“赢钱尚无定见。”岳阳令如何？你可是有功之臣呢？公孙谷又问。岳阳令子岸却直冲冲回答：“长史为文章谋划，咋光问别个？你如何说法？” 他当然也知道新君的命令，而且也忠心执行了，但见左庶长不说，他也就不愿说。春秋战国几百年写的教训比比皆是，大凡居官之人都明白，新君即位初期是权力场最动荡的时候，君主越年轻，这种动荡就越大。这时候谁都会加倍小心。这位赳赳勇武的岳阳令。 虽然在昨夜的动荡危机中被年轻君主严厉斥责为迟钝，但对这种权力场的基本路数却绝没有迟钝。白面细须的公孙贾显然很精细，沉吟有请，平静作答：“我亦尚无定见。此中大约只有景监，对秦国面临的严重危机最清楚。” 他对这些元老重臣们云山雾罩的回答摸不着头脑，只有一个上大夫甘龙态度明确，但景监却又极不赞同。然则，不管他有何种想法与主张，他都不能抢在前面说话。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比他年长资深，也比他位高权重。上大夫甘龙原是山东甘国的儒家名士，又是秦国的三世元老。 秦献公连年征战在外时，从来都是甘龙主持国政，学生门客遍及秦国，颈监连给他当学生的资格都没有。左庶长赢虔是公室贵族，国君的庶兄，更不必说是统帅三军的实权重臣了。长史公孙贾执掌公室机密，常在国君左右，虽然没有兵权，可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枢要大臣之一。 岳阳令子岸是秦穆公时名臣游于的后裔，执掌都城军政大权。虽不是国府枢要大臣职位，但其实际权力却是足以颠倒乾坤的。否则，他如何敢对长史公孙谷直言相撞？就连那个高声大气、职位最低的中大夫杜挚，颈间也不能与之相比。且不说杜挚是甘龙的学生，仅以职权论。 景监虽然也是直同下大夫的前军副将，职位比杜挚只低了一等，但实际上却是军中朝中都没有任何实际执掌范围的一种职务。副将，杜志却不同，他这个中大夫有一串后缀，叫做府上大夫逝世,世，兼领大田太仓。府上大夫逝世,世，是确定他是上大夫的处政副手。 兼领大田太仓，是说秦国的农耕粮食与仓储都由他监管。那时候，这可是两个最要紧的命脉权利，周王室将这一职务的大臣叫做司土，后来称为司徒，是与司马、司空、司寇并列的重臣。这样的中大夫，景监如何能比？ 要不是新君钦点他做了金令箭使者，又特命他参加今日廷议，他是不可能有机会和这些重臣坐在一起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景监是无所顾忌的。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做了一回秘密特使，承担了重大使命，就要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情形和想法，真实的告诉国君和大臣们。 使他们尽最大所能拯救秦国，否则愧对国君重托。至于说出来以后是否被采纳，那不是景监此刻所想的。公孙贾的笑容还没有完全收敛，景监就豁然站起，拱手道：“列位大人，景监以为，六国商人密探不能杀，杀则对秦国有害。” 啪的一声，中大夫杜挚拍案呵斥：“尔是何人，竟敢驳上大夫主张？”在下乃赴魏国探秘的金令箭使者景监。秦国面临灭顶之灾，不能再给六国亡我之心火上浇油。哈,哈哈哈，同类相连。一阵大笑，景监的话又被杜志的尖刻嘲讽打断。秦孝公。 眼睛一亮，但终于没有说话。他还是要看一看。这时，左庶长赢前开了口：“杜志无礼，危难当头，群策群力，听警监说完有何不好？”赢前本是带兵大将，性格深沉暴烈，平日又极少说话。他一开口，便全场肃静。杜志出于刻薄。 景监本想还以颜色，但他生性宽厚，且见左庶长斥责杜挚，也就不再计较此事。他再度向厅中君臣拱手作礼，抗声道：“秦国弱小，六国强大，这是不争之事实。六国会盟，要共同起兵瓜分秦国。” 当此危急之际，若秦国诛杀六国商人密探，只会更加刺激六国，使他们以拯救六国商贾为口实，迅速举兵进逼。以秦国目下实力，我能抵挡几时？公孙贾淡淡问道：“以你之见，不杀密探，六国就不举兵吗？”景监正色道：“不杀密探，自然也不能使六国罢兵。” 然则，至少可使六国急切间找不到口实，大举进兵；我秦国也可在此期间谋求对策。杜挚哈哈笑道：“啊，景监将军大有谋略嘛，谋划个办法出来。”景监没有理会杜志的嘲讽，自顾将一路的思索一口气说了出来。如今天下虽连绵征战。 然，但凡举兵，都必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否则师出无名，士气民心必然低落，联兵作战也会很是困难。我秦国对密探若居而不杀，那就是向天下昭示秦国愿意同六国和解；若居而尽杀之，那就是公然和山东六国立时结下血仇，六国朝野都会对秦国恨之入骨。纵然我尽力斡旋，怕也难逃兵灾。 正因如此，六国密探非但不能杀，还要保护其财货，善待其人身，照常让他们在秦国经商，去留自便。此中轻重，请君上与列位大臣权衡。侃侃道来，有理有据，显然是一路苦思的结果。小人物一席话，大厅中无人反驳，良久敬场。秦孝公大感欣慰。 他没有想到，这个少年时期的小友竟然在大事上和自己如此不谋而合。作为老秦人，刚烈忠直，恨则恨死，爱则爱死的汉子比比皆是，但要找到一个既坚刚又柔韧、懂得忍耐与等待的汉子，却比铸剑还难。要老秦人誓死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是一呼百应。 但要老秦人迂回曲折、韬光养晦，那可是阳春之曲，赫哲甚寡。连那些山东儒家名士，如甘龙者，久居秦国，也都变成了固执倔强、宁折不弯的牛脾气。作为国君，年轻的赢渠梁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厚和宽广。 自然深深懂得老秦部落的这种坚刚性格是弥足珍贵的，否则秦国四百年间何以立足天下、称霸西戎？然则秦国上层的庙堂人物们，假若都是这种人，秦国何以能成就大业？季如面临的这场灭国危难，逞血气之勇不难，难的是冷静忍耐、顾全大局，而后化险为夷。 老秦人谁不恨六国密探？杀掉他们定然是举国拥护。但这时候能够想到不杀自己最痛恨的敌人，反而要善待他们，这是多么宽广的视野！需要克服多少老秦人性格中的顾疾，更不要说景监还是个沙场征战的年轻将领了。 当秦孝公昨夜想到这些时，他觉得自己是沉重的、孤独的；可是，当景监慷慨冷静的讲出这些时，他是激动的、欣慰的，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孤独了。刹那之间，年轻的国君对年轻的将军产生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这时。 左庶长赢前粗重的声音响起：“景监将军言之有理，以秦国目下实力，一个魏国已经难以抵挡，岂能和六国同时为敌？”岳阳令子岸也跟了上来。子岸赞同左庶长所言，不杀密探。他内心很清楚，国君本来就命令不杀不掠，左庶长一讲话。 便等于此事敲定，因为甘龙平日里多主内政，对这种外事并没有多少决定权。涉及邦交的大权在左庶长。公孙贾在每个人讲话时都不断点头，此时平静地笑道：“大局已经清楚，究竟如何，还是君上抉择。”甘龙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鲁智只是微微冷笑，也不说话。秦孝公这时轻轻一拍书案：“六国密探暂且不杀，财货不动，人身不伤。若六国动静有变，再杀亦不为晚。彼在我手，何惧之有？然，岳阳令须得对六国密探严加监视。” 不许任何人在半年内离开秦国，更不许逃走一个，否则斩首无赦。年轻国君在正室堂第一次显示权力，却是不怒自威。臣下遵命。岳阳令子岸肃然站起，高声领命。诸位，秦孝公环视大厅，神色肃然道。 今日廷议，实则已经开始。山东六国会盟，提出六国定天下，图谋吞并小诸侯，划定势力范围。然则更为要紧的是，山东六国要瓜分秦国，将天下七大国变成六大国。六国将在何时用何种手段实施其分秦野心？目下尚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 秦国已经面临百年以来最为深重的灭国危机。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这是秦国妇孺皆知的一句老誓。当此存亡之际，我等君臣应同心谋国，群策群力，如此方能谋划出稳妥的对策与方略。说完，悠悠巡视一圈。诸位不要有任何顾忌。 哪位先说都行。场中又一阵沉默。在此之前，这些大臣也都封闻了六国会盟的种种消息，其中不乏六国密探有意透露给他们的各色流言。今日国君郑重提出，且要征询存亡大计，大臣们顿时感到了强大压力：打打不过，逃逃不脱，投降不可能。 一定要拿出一个能够不打不逃不投降的对策，方能消解这场危机。可是危机迫在眉睫，仓促间如何思谋的周全？一时间谁也没有话讲。上大夫甘龙博学多识，且长期主持国政，为在座资深老臣。眼见众皆漠然，沉吟思忖了一番，谨慎开口。 老臣以为，六国会盟吞灭诸侯、瓜分秦国，此举不合于理，亦不合于道。我秦国本是平王东迁的开国诸侯，对王室居功至伟。秦国有难，天子不会坐视不理。老臣以为，当上书洛阳周王，以天子名义下书，驳斥六国会盟谬误。 真相自会大白于天下。与此同时，我秦国以王室名义联结若干中小诸侯，组成一支数十万大军，抗衡六国兵马。若能如此，则危难可解，国家幸甚。甘龙字斟句酌，一番话很是持重谨慎，绝不是明确决断、据理力争，而只是以。 老臣以为如何如何的商榷口气说话，这恰恰是他的身份、权力与资望形成的一种矜持，绝不意味着暧昧含糊。景监对国中权臣的习惯风格与错综微妙的关系一概不清楚，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想好的说完，便不负国君所托，谁的脸色也不看。 此刻，他听完甘龙的对策，不禁“噗”的笑了出来，却又使劲憋住。见无人说话，他咳嗽一声，正荣发问：“尚大夫对策太过迂腐，周王室衰落到一片孤城，自身尚且难保，六国谁会认这个天子？且不说周王不敢发，即或发了，一片王书有甚用处？至于……” 以王室名义连接中小诸侯，更是无法行通。景监大胆，杜挚面色涨红，打断话题，高声道：“上大夫所言极是，名正则言顺。六国会盟，周天子与秦国并天下诸侯同受欺侮，我秦国唯借天子名义声讨其荒谬，方可号召天下诸侯组成多国盟军，得道多助。” 如何能说迂腐不通？杜大夫，赢前冷冰冰道：“君上有言，群策群谋，言无顾忌。你急个甚来。”杜挚顿时语塞。“好，好，好，叫叫他说。”公孙贾破例插了一句：“行则可行，然也确实无大用。君上明断。” 景监老老实实，在下不赞同尚大夫主张，但也还没有想好的对策。杜志冷冷一笑，狠狠瞪了景监一眼，张张口欲言又止。左庶长赢前不断轻叩书案，皱眉沉思。这时抬头道：“尚大夫之策，天子下书一则，可行而无用。” 联兵抗衡一则有用，但难行。且不说仓促拼凑的盟军根本没有战力，仅仅建立多国盟军这一则就极难做到。六国之外，天下尚有三十二个中小诸侯国，兵马总计约在三十万左右，的确是一个大数。但他们却被六国分割在各个夹缝中，兵马根本无法越过大国而集结。 即祸越过，也无法进入函谷关。还有，六大国本来就虎视眈眈，要吞灭中小诸侯，这些小国又岂敢激怒大国，自送虎口？捉了秦国的使者去大国邀功，倒是实实在在,在有可能。尚大夫，赢前以为还要再谋良策为是。甘龙有些尴尬，但还是呵呵一笑。然也。 若有高明良策，自当受教。岳阳令子岸冷笑道：“这些小不拉子诸侯，哼，叫他们跟在六国大军后面分秦块肉倒是可能，要和秦国联兵，嘿嘿嘿，他们躲都躲不及。那足下倒是有甚高明主张，拿出来也。”杜志面红耳赤，仿佛自己的主张被驳了一般。 要我说，就和六国拼个你死我活。子岸豁然站起，手中短剑苍啷拔出，噌的插进地上方砖，咬牙骂道：“鸟怕甚了？老秦人的血就是往战场流的。当年老秦族还不是硬硬在戎狄包围中杀出了一块地盘？既没退路，又没办法。说来说去，还不是个打？还不是死战到底一条路？” 请君上下令，做二十万校服，血战六国。子岸请命做先锋大将，不斩十万首级，誓不生还。这个名臣后代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显然对这种庙堂评议的絮叨极为不耐，竟忘记了这里是正式堂。他的一番激昂怒骂与慷慨请战，的确是老秦人的本色。 吓得从来没有打过血仗的杜挚和公孙贾瞠目结舌。左庶长赢虔变色，子岸把剑收回去，这里是正室堂，不是战场。赢虔是秦军统帅，又是威震三军的猛将，也只有他才能震慑住老秦人特有的本色冲动。子岸默默拔出插在地上的短剑，沉着脸。 重重坐回案前，唏嘘拭泪。秦孝公面色如常，对子岸的激烈慷慨仿佛没有看见，丝毫没有责怪之意。他此刻只是感觉到有赢钱这位庶兄，他省了一半力气；有赢钱挡一挡，他便对每个人的主张都有充分思谋的余地。当然，对子岸那样的主张是不用思谋的。 那是一条悲壮的殉国之路，退无可退时，也只有拔剑而起，浴血疆场，与国家共存亡了。只要有精神准备，那是用不着多想的。危难之际，主战将士的勇烈刚猛，永远是最可贵的。作为一国之君，可以不纳其言，却无论如何不能伤其心。他从座中站起，走到子安面前，递给他一方绢帛汗巾。 慨然一叹：“子岸呐、啊，果真秦国无路可走时，我也会和你一样血战到底的。在座大臣们也都会拔剑而起的。”哇的一声，子岸放声大哭。一时间，厅中君臣人人拭泪，个个唏嘘。秦孝公站在厅中，缓慢沉重的问：“诸位。” 秦国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吗？他看着唯一没有讲话的景监。只要有一个人没讲话，秦孝公就不会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要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决策建立在臣下主张的基础上。如果臣下阐述充分，他自己宁可不说而全盘接纳。 新君即位，要大臣们齐心协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推行自己的主张，除非像昨夜那样的紧急关头，必须当机立断。秦孝公宁愿让臣下来断事，这样做既是他的私谋结果，也是他的性格所致。君上，列位大人，景监站起来，沉吟着。 我有一策，恐有失大雅，不知当讲不当讲。秦孝公爽朗大笑道：“生死存亡，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用就是大雅。说，我等听听这不雅之策。”杜志憋不住，扑哧一笑，又连忙捂住嘴，低下头。颈间却是落落大方，朗声说道。 井奸思谋，目下唯有一计可用：秘密游说六国，重金收买权臣，分化六国，延缓时日，使六国分秦盟约自行瓦解。六国之中，齐国与我秦国不搭界，不会主动当头羊；韩国、燕国最弱，也不会单独攻秦；魏、楚、赵三国分秦最利，也是最有实力、最有可能单独攻秦的。 而魏、楚、赵三国均有酷爱财色的权臣，尤其魏国，因魏王酷爱珠宝名器，大臣多有贪风。我只要以重金、美女贿赂，并许以其他好处，此等权臣决然不会令我失望。若此三国不动，六国分秦自然拖延，拖，则盟约自溃。诸位，果然不雅之策也。 秦孝公不禁一笑，厅中大臣一齐大笑，杜挚笑得眼泪鼻涕视抹不及，连连咳嗽；甘龙则皱着眉，大摇其头：“美女重金成何体统？岂不令天下耻笑？”公孙贾则只是大笑，却不说话。岳阳令子岸啧啧撇嘴：“景监哪，景监，亏你想得出！” 左庶长赢钱微微一笑，却是默然沉思。唯有景监没有一丝笑意，一脸茫然地看着国君和大臣们。赢钱豁然站起：“景监之策，丑归丑，有大用。话说回来，方今天下哪国不是阴狠歹毒挖墙脚？赵种铮铮一条汉子，为了争取魏国，硬是将自己的美妾送给了魏王。” 楚国还不是贿赂齐国大将田忌三千金，才使齐楚罢兵。庞涓那小子号称名士，为了做丞相还贿赂魏王的胡姬。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有何忌讳？说到底，老秦人以往只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想不到使阴招罢了。目下六国逼我用阴招，我就用，怕他何来？公孙贾沉吟道。 敢问上大夫，府库有金几多？秦国有美女几多？甘龙冷笑：“老夫只知道金不足五千，美女几多？哼哼，大约只有长史知晓。”公孙贾仿佛没察觉甘龙的嘲讽，自顾道：“五千金，设若……” 魏、楚、赵三国各有两名权臣，那就是六人。除去特使的秘密活动金、搜罗美女金，大约每个权臣只能得到三百金。魏、赵、楚三国的权臣从国王那里得到的赏赐，动辄就是数百金，胃口极为贪婪。三百金，彼等可能看都不看。若果没有万金之数，此计难行。经坚将军，以为如何？ 作为一个鏖战沙场的低级将领，景监确实不知道国府拮据到如此地步。公孙贾所说又的确是实情，一时间景监愣在厅中，无言以对。杜志一副颇为认真的神情：“我倒是可以将先君赏赐的三百金送给景监将军周旋，可也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呀、啊。” 甘龙冷笑：“老夫也可拿出几百斤，够吗？”突然之间，一直在踱步沉思的秦孝公眼睛发亮，似乎因此而悟到了什么，站在案前良久未动，似乎又在盘算什么。一时间，他目光炯炯的扫视厅中道：“诸位，六国利剑。” 以赐我咽喉，国家危亡绝于旦夕之间，我等君臣不能拘泥。春秋宋襄公恪守仁义，不羁半渡之兵，拜师辱国，一笑天下。然则宋襄公失去的，毕竟只是小霸主地位。今日不然，一旦自缚手脚，老秦人就要亡国灭种。六国要灭秦分秦，最为歹毒的就是前后夹击。 东方大兵压境，同时策动西方戎狄叛乱，那时候，老秦人只怕连回到陇西河谷的退路都没有了。他们要将老秦部落斩草除根，我等连投降都不会被接受，这就是亡国灭种，请诸位掂量。猛然，他背过身子，肩膀一阵微微的颤抖。 一时间，举座动容，一股凛冽的冰凉骤然渗进每个人的脊梁骨。公孙贾抗声道：“君上抉择就是，臣等赴汤蹈刃，死不选种。他本是极少鲜明表态之人，此刻却是满面通红的喘着粗气。赴汤蹈刃，死不选种，是流传天下的墨家誓言，说的是墨家弟子追随墨子。 美临危局，人人争先赴险，死也不会转过脚跟逃跑。今日公孙谷将这句誓言用在这里，倒是分外令人感愤。众人不禁齐声慷慨：“赴汤蹈刃，死不选种。秦孝公已经转过身来，声音略带阴哑：“赢渠梁的血，会与老秦人流在一起的。” 君上，几位大臣连同颈肩一起匍匐在地，哽咽不止。秦孝公长长的出了一口粗气，语气转为平静：“诸位请起，老秦人也不是好欺侮的，我等还是得拿出个主见来，否则无颜面对国人。但凭君上抉择。”大臣们异口同声：“确实说。” 颈监之计，不失为应急奇策。秦孝公走下三级台阶，缓缓地踱着步子。重金、美女，重金是要害，至于美女，有则也好，没有也无伤大局。国府所存五千金，不能动用分毫，那是秦国十万大军的命脉。另外，也不能向民众紧急征收。 百年动荡征战，秦国民众逃亡过半，留下来的都是老秦人，他们已经快被榨干了，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只剩下老秦人的一腔热血了。国府再艰难，也不能打他们的主意。年轻君主说到这里，已经是两眼含泪，沉重的停下来，低头喘息。有请。 秦孝公抬起头，激昂的开口：“国难当头，金从何来？”赢渠梁身为秦国之君，愿将国君私库的两千金拿出，再将宫室所存的周王室历代赏赐的宝物珍品一并献出，其余尚有缺额。”突然，他不再往下说了。刹那间，正室堂大厅肃然无声。 大臣们被这位年轻君主深深震撼了。自古以来，国君启用私库并献出所有库藏珍宝者闻所未闻。国君私库其实也是国库的一种变相形式。这些金钱珍宝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用来供国君公事日常之用；一是赏赐有功臣民。 因为这两种用途都由国君决定，而无需通过国家财政大臣，所以历来的习惯便将宫室府库认作国君私库。秦国宫室历来简朴，国君的护卫、内侍、侍女、作坊工匠以及各种文吏官属加起来也不到一千人。秦国国君的嫡系宗族也历来不住宫室。 而是与所有的秦国大宗族一样，除了老幼女人在封地耕作，男子几乎全部在军旅之中，不要公事供养。这样一来，秦国公事私库的金钱的主要用途，实际上就是赏赐和抚恤战死的将士。对于一国之君，治下的威权少不得“官”与“禄”两个字，更少不得“赏”与“罚”两个字。 国君府库没了金钱珍宝，意味着一国之君将沦落到对功臣赏无可赏的惨状，任谁想来都会心底发虚。臣下天职是与君分忧，国君家徒四壁，大臣颜面何存？听众六位臣子刷的站起，一齐跪倒哭喊：“君上，不可呀！” 白发苍苍的甘龙浑身颤抖，君上一国之君岂能一贫如洗？请君上收回成命，甘龙愿献千金。左庶长赢虔愿献三百金，并家传蚩尤天月剑。长史公孙贾献三百金，岳阳令子岸献五百金，外加家传雷祖软甲。 钟大夫杜志献三百金，景监大哭：“君上，景监唯有五百刀币。”秦孝公静静地站在厅中，没有一滴眼泪。他再次向跪倒的大臣们深深一躬。如此，赢渠梁谢过诸位了。上大夫请起，诸位请起。 待大臣们唏嘘起身，他平静地向厅内吩咐：“黑伯，今日之内辟出专库，接纳诸位大臣的现金。”黑伯答应一声，疾步而出。秦孝公环视厅中，微笑道：“诸位且莫伤感，金钱乃人世流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用得其所，方为无价至宝。” 不得其所，同朽如粪土。纵然一国之君，概莫能外。秦国若有富强之日，赢渠梁当十倍偿还诸位。公孙长史，请记下赢渠梁今日诺言。公孙贾拱手正色道：“遵命，臣将转于太史，克俭留存。”诸位以为何人堪当秘密特使？ 秦孝公收敛笑容，转了话题。甘龙慨然道：“此策乃景监将军谋划，将军必有成算，当以景监为使。”赢钱亦赞同景监为特使，左庶长赢钱立即支持。我等赞同。公孙贾子岸、杜志齐声表态。秦孝公点点头。 似乎对大臣们出乎意料的一致，并没有感到意外。他看着景监，景监以为如何？景监躬身肃然回答：“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秦孝公默默注视着景监，泪水骤然溢满了眼眶。四。 秦国君臣在老林雨中感谢上苍。暮春初夏，虽说已是草长莺飞，但渭水平原的早晚还是颇有凉意的，尤其是河谷山口，早晚时分的凉风尚有些许寒冷。太阳距离西山尚有一干之高，出城劳作的岳阳秦人便开始络绎不绝的回城了。 但在城南越水岸边的高坡风口上，却有一个人久久站立，一任和风吹得他的长衫啪啪作响，仍旧没有离开。两丈之外的洼地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默默地守候着。秦孝公已经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个时辰。 河中碧绿明亮的波涛已经变得金黄幽暗了，风中的暖意已经消退，暮色苍茫的原野弥漫出凉如秋水的萧瑟寒气。这一切，二十二岁的年轻君主都没有察觉，他只是遥望着已经淹没在暮色中的东方远山，长长的、沉重的叹息。 分化六国所需要的万金之数虽然凑齐了，他却没有丝毫的轻松宽慰，反倒被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折磨得寝食难安。一想到母亲那慈和平静的笑容，他心中就像刀割般难过。那天，郑士堂停议之后，他忙于听匆匆赶来的雍城令禀报民情。 又商议确定了继续安定民心的方略。雍城令刚走，景监又急急赶来禀报派赴大梁的密探传回的急报，说魏、为楚、赵三国大军按兵不动，详情不知。两人商议了半天，还是揣摩不透发生了何种变故，决定继续筹集重金，不管发生何种变故，分化六国的方略不变。景监走后。 已是午夜，他正要站起来端详羊皮大图，却一头栽倒在书案上。醒来时分，白发如雪的母亲正坐在榻旁，静静望着他。母亲没有流泪，甚至没有叹息，见他醒来睁开眼睛，反而向他慈祥的微微一笑，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回身端过铜鼎，打开顶盖，将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端过来，就要喂他。在赢渠梁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喂过他吃饭；即或在孩提时候生了病，母亲也要看着他自己坐起来吃饭。目下，自己已经做了国君，年迈苍苍的母亲却端起了石鼎要喂他吃饭。 赢渠良豁然坐起，掀开毛毡，“娘，没事，我自己来。”母亲又是微微一笑，“没事就好，也该没事。”待赢渠良大口吃喝完毕，汗津津站起来时，母亲也从绣墩上站了起来，静静的看着儿子。渠良。 娘有两千金，还有几件珠宝，都给你准备好了，让黑伯来搬走。骤然间，迎渠良泪水夺眶而出。娘，你，你都知道了。母亲微笑着点点头。这两千金是秦国后宫四百年星星点点,点留下的。 今日也派个正当用场。赢渠梁肃然跪在了母亲面前。娘，渠梁无能，使秦国蒙受耻辱，使一国太后蒙羞，渠梁请受责罚。豁然脱去长衫，露出汗津津的脊梁。母亲扶起了他，替他穿好长衫，又为他拭去脸上的泪和汗，温和的斥责他。 渠梁大错了，娘岂不知能屈方能伸？都像你公父那样硬打硬挣，秦国未必成得大器。渠梁，娘知道你，老秦人就是缺乏个忍字，你有，娘信你。 二十二岁的年轻国君第一次感到了白发亲娘的亲和温暖，忍不住抱住母亲，哽咽起来。母亲抱着他的头，抚摸着他的长发，一任他痛哭流涕。最后，娘对他说：“渠梁，娘对你只有一个规矩，按时辰吃饭，最迟四更天睡觉。秦国的重担在你肩上。” 要有后劲儿，能答应娘吗？赢渠良记得自己是认真点了头的。当黑博带领内侍从太后庭院搬出两千金和珠宝时，赢渠良派警监查点登记，竟然发现母亲头上的金钗和平日虚臾不离的一只珠玉枕也在里边。 景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执意要送回给太后。黑伯在旁边看得直抹眼泪。秦孝公默默挡住了景监，咬着牙吞回了自己的泪水。他知道，送回去才会真正令母亲伤心。但是这两件弥足珍贵的东西，对母亲毕竟是太重要了。那支剑形的金钗。 是周天子赐给先祖木公夫人的，上面有王氏徽记和洛阳上方的古篆刻，是历代秦国第一夫人的标志，绝非一支寻常的金钗。那只朱玉枕，更是公父秦献公着意为母亲精工打造的，那是一块晶莹碧绿的蓝田玉。 两端各镶嵌了一颗红的像火焰一样的珍珠。夜来入睡，小珍珠的悠悠微光总是将母亲的脸映衬得分外艳丽。更重要的是，功夫将他的一把短剑重新熔铸，镶嵌在了两端枕顶。母亲告诉儿子，那是父亲在时时守护着他。小妹之所以取名莹玉。 正是据此，盈盈玉枕而来。母亲虽是秦国太后，但毕竟也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失去了夫君的寡居女人。这两件东西，对于任何一个女子，都是不可能舍弃其中任何一件的。一件象征着她的尊贵身份，一件寄托着她的悠悠思恋。 可如今，母亲是两件一齐拿了出来，而且还是那样平静的拿了出来。但是，迎渠良却从母亲那带有笑纹的眼睛里看见了晶莹的泪光，看见了母亲心田流淌的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 在可，在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是母亲年轻美丽的时候最爱唱的小雅，那是妻子等待长久出征的夫君归来的一首歌。那时候，赢渠良不明白母亲为何总是唱这首让人只想哭、直喘不过气来的歌。 当他后来跨上战马，挥动长剑，冲锋陷阵归来时，他终于听懂了母亲的歌。奇怪的是，公父战死后，母亲就再也不唱这首歌了。那时候，赢渠良依然不懂母亲的心。这一次，年轻的国君觉得自己终于懂了，母亲的心田被犁下了那么多的伤口，却要给自己的儿子。 留下博大温暖的胸怀。身为人子，秦孝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愧疚，不愿多想，又不能不想。年轻的国君在寒冷的晚风中不能自拔了。猛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惊醒了他，一回身，颈肩已经丢掉马缰，疾步爬上高坡。 秦孝公心中一惊，莫非六国发兵了？颈肩上坡站定，气喘吁吁道：“君上，北地令遣使急报，赵国一队商旅越过夫尸，从我西北部穿过，向陇西戎狄族聚居区进发。北地军师抓住了一个掉队商人，严刑拷问，商人供出，商旅是赵国派出的秘密特使，他是特使护卫，使命如何还不知晓。” 秦孝公沉思有请，商旅木下能走到何处？大约已经进入陇西大山，追是来不及了。景监，这赵国为何要向戎狄派出特使？君上，景监无从知晓，只是觉得赵国举动极不寻常。 秦孝公看着东山上的一钩新月，悠悠道：“景监，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大阴谋。六国分秦的具体方略虽然还不清楚，但我这几天总在想，假如我是魏王庞涓和赵侯，我当如何一举使秦国溃败？他等我等都知道。” 仅仅靠战场用兵，很难吞灭一个毕竟还没有丧失战力的秦国。几百年兴亡证实没有内乱，一个大国很难崩溃。如果他们也是如此想，那么吞灭秦国最狠的手段，就是内外夹击。前日得报，魏楚赵三国按兵不动，我不解其中缘由。然则我内心总是觉得不对。 仔细琢磨，六国似乎是在等待，等待何物说不清楚。今日北地令的急报，倒使我茅塞顿开了。景监急问：“君上是说赵国要在秦国策动内乱？”你以为不是？秦孝公回过头来，景监醒悟，惊出一身冷汗。 如若戎狄生乱，那可是洪水猛兽，如何得了？秦孝公冷笑：“戎狄族群三十多支，岂能全部生乱？目下急务是要确定哪些支族有危险，方可有备无患。”君上对戎狄事务，左庶长最熟。对，立即回城商议。 秦孝公说着，已经向坡下疾走。回到岳阳正室堂，已经是月上柳梢头的初更时分。左庶长赢前急急来到国府时，秦孝公刚刚用过一顶汤饼，黑薄添了灯油，盖好灯座上的大网罩，便轻步退出，静静地守在门外阴影里。 景监首先向左庶长赢虔禀报了北地令的急报，秦孝公又讲了自己的推测判断。赢虔听完，阴沉着脸没有说话。半晌，他起身走到书房的大图前，用手中短剑敲着秦国西部，又画了一个大圈道：“戎狄诸族三十四支，聚集在精卫上游六百余里的河谷山原。” 自先祖穆公平定西戎以来，戎狄诸族除部分投向阴山外，大部成为秦国臣民。自那时起，老秦人逐步迁到了渭水平原，将泾渭上游河谷全部让给了戎狄诸族定居。两百多年来，西部戎狄一直没有滋生大的事端。立功、造公、减公、出子四代一百余年，荒疏了对西部戎狄的镇抚约束。献公二十年。 又忙于和三晋大战，也无暇顾及西部戎狄事务，又将驻守陇西的三万精兵东调岳阳。如此一来，西戎各族和国府就有所淡漠疏远，但税赋兵源年年依旧，并无缺少。秦国十万大军中，目下还有三万余名戎狄子弟。从根本上说，戎狄诸族不至于全部大乱，但是据我带兵驻守西戎时得知。 戎狄诸族有五六支，原来在九原、云中一带游牧，和燕国、赵国关系甚密。要说生乱，可能这几支危险最大。这是哪几支？定居何地？秦孝公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问。赢前指点着地图道：“阴戎、北戎、大坨、西环、义渠、红发几族。” 所居地区在洮水下水流经的临洮、包含狄道这一片，大约有多少人口、多少兵力？先君献公曾下令实行户籍相武，那时初查六族人口大约在三十余万，兵力不好说。戎狄诸族从来是上马作兵，下马耕牧。若以青壮年男子论，当有近十万不差。 哪个族最大、最危险？西环最大，族人有十万之众，青壮当有三四万之多。其族领曾经自封为王，和燕赵来往也从未间断。秦孝公大事皱眉，沉思不语。岳阳城箭楼的刁斗之声清晰传来，听点数已经是三更天了。二位以为，当如何应对？ 秦孝公终于抬头问话：“六国在西部策反，委实狠毒。西戎若乱，我不打不行，打又力不从心。目下秦国的兵力分散在东部四国的边界，若集中西调，又恐六国趁虚而入。营”赢前沉重踌躇，颈监也是忧心忡忡。 我一时也没有主张。咚的一声，秦孝公一拳砸在书案上，豁然起立道：“不怕，我们也来利用他们的空隙走一步险棋。”他大步走到地图前，你们看，六国在函谷关外等待，西部戎狄纵然叛乱，必然也有等待六国先动之心。戎狄毕竟较弱。 很怕被秦军先行吃掉，况且急切间也难以一齐发动，这就有一段两边等待谋求同时动手的空隙，我们目下就要钻这个空隙，且要迅雷不及掩耳。咋个钻这个空隙？营前警监齐声急问。我意，大哥，立即秘密调动东部兵力。 向西开进到戎狄区域的大山里隐蔽，戎狄不动我不动，戎狄若动我必先动，且必须一鼓平定。同时警，颈监立即携带重金到魏国秘密活动，至少拖延其进兵日程。只要打破任何一方，秦国就有了回旋余地。他喘了一口气。假若大哥西进期间，六国万一进兵。 那就只有拼死一战，玉石俱焚了。赢钱豁然起身，拱手道：“给我三万轻骑，赢钱踏平戎狄。”不，五万，不战则已，战必全胜。景监沉吟道：“君上，东部太空虚了，我们只有五万骑士。” 秦孝公慨然道：“老秦人尽在东部，赢渠梁也是百战之身，存亡血战，举国皆兵，何惧之有？”说完，回身到书架旁的一个铜箱中捧出一个小铜匣，打开，双手郑重地递给赢虔：“左庶长，这是上将兵符。” 赢前双手颤抖着接过青铜兵符，两眼含泪，哽咽出声了。作为统兵大将，他自然知道这上将兵符意味着什么。它是只有秦国国君才能使用的、无限制调动全国兵力的最高兵符。三百年中，只有秦穆公曾经有一次将它交给了荡平西戎的统帅由于。 而今，年轻的君主将上将兵符亲自交到他手，无疑是将秦国的生死存亡交给了他。而这位年轻的弟弟留给自己的却是孤城一片和准备最后一战的悲壮。老秦国有这样的国君，赢前有这样的兄弟，岂能不感愤万端？君臣三人心里都清楚。 秦国虽然有十余万军马，但半数是步兵和老旧的战车，只有这五万骑兵是由清一色老秦人组成的精锐轻骑。在战国初期，笨重的车战已经渐渐隐退，快速、灵动而又冲击力极强的骑兵渐渐成为最有战力的新兵种。这种骑兵就是当时闻名天下的铁骑。所谓铁骑，就是战马和骑士。 均用当时上好的精铁马具与盔甲、兵器装备起来的集团骑兵，马蹄装有铁掌，使战马能够在任何粗糙的地面奔驰而不惧荆棘尖刺；马头装有铁片与皮革相连的面具，使步兵弓箭对战马的威慑大大减弱。马具也用重量轻、硬度高、韧性好的金属铁。 代替了又重又厚、又软又脆的铜制马具，马上骑士的兵器也从长大的毛戈转变为轻型刀剑。这种刀剑普遍用精铁铸造，长短一般在三尺左右，锋锐清洁，便于集团冲锋格杀。面对笨重缓慢的战车与步兵结合的古典方阵。 这种轻骑发动的狂飙一样的集团冲锋，具有摧枯拉朽般的威力。战国初期，这种铁骑以魏国最为精良，韩国、赵国次之，楚、齐、秦、燕四国不相伯仲。秦国崛起于西陲，久有马上作战传统，本来就没有战车兵种。然而，秦国作为大诸侯国之后， 春秋时期，力图模仿中原大国的军制，将原来大部分装备粗简的骑兵变成了战车兵。进入战国初期，铁骑涌现，且战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秦国却因为精铁缺乏和人口减少，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精锐铁骑，而只是装备了少量铁马具、铁兵器的轻骑兵。这五万轻骑所需要的精铁。 大部分都是从韩国买来，辗转偷运进入秦国的。当时，秦献公精选出五万老秦子弟兵组成的秦国铁骑，实际上成为了秦国唯一的一支可以随时开出与山东诸侯作战的防卫力量。如果全数开赴陇西，秦国东部就只剩下千余辆老旧战车和两三万部族，一旦强敌入侵，后果何堪设想？ 然则，面临两面夹击的绝境，不如此孤注一掷，西部叛乱，东部大战，后果又何堪设想？君臣三人默然相视间，天边隐隐电闪，轰隆隆一阵闷雷从屋顶掠过，细密的雨滴打在书房窗棂上，刷刷作响，犹如万蚕食桑，又如清风过竹。景间一惊。 老林，不好！他闪过的念头是：道路泥泞，数万骑兵何以行军？赢钱却是眼睛一亮，大步走到廊下，仰望夜空，但见云厚天低，岳阳城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唯闻天地间无边无际，刷刷雨声。 这种雨声不急不缓，不疏不密，不见不断，其徐缓舒展，犹如上天撒开一幅细沙覆盖大地。这是恍若春雨，却又比春雨更厚实的初夏之雨，正是关中年年难免的四月老林雨。其实春耕方完，播种已了，上天的绵绵细,细雨来的正是妙极。 它既不是能够冲开地皮、暴露种子的暴雨，又能够徐徐滋润土地、彻底消解春旱，堪称关中大地的时令好雨。渭水平川，撒种接收，正是因了这种天下难觅的风调雨顺。每年四月初，秦国民众都要祈祷这一场淋雨及时降落。不想今年的老淋雨来的竟是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 确实是有点异乎寻常。赢钱仰头望天良久，猛然间仰天大笑。秦孝公泪水盈眶，大步走到院中，向黑沉沉的夜空深深一躬：“上天有知，若秦当不灭，赢渠梁当永不复天。”刹那之间。 景监恍然大悟，激动地冲到庭院中，双手向天挥舞：“上天哪，好雨，秦国有救了！” <noise> 君臣三人同声大笑，一任绵绵细雨将他们淋个透湿。这场早到的老林雨，当真抵得上千军万马，他既迟缓了六国进兵的时日。 又给了秦国五万骑兵一个秘密运动的绝佳机会。大雨连绵的日子，任何一国的骑兵和部族都不会做长途跋涉，更别说笨重的战车。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在于，粮草辎重的跟进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所以，雨季不用兵几乎是整个古典战争时代的铁则。然而， 秦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两面夹击，这场连绵淋雨却成了最好的掩护。老秦人是从西周时代的戎狄海洋中杀出来的族群，其勇猛彪悍与顽强的苦磨硬斗，是天下所有族群都为之逊色的。那时候，汪洋大海般的蛮夷诸族从四面八方包围蚕食中原文明。 若非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中原文明将被野蛮暴力整个吞没。正是如此，孔子才感慨地说：“假如没有管仲，中原人都将成为袒着胳膊的蛮夷之人。”其实，戎狄诸族和东方蛮夷气势正旺，他们彪悍的骑兵使中原战车望而生畏。 虽然是依靠一百多个诸侯国同心结盟，最终战胜，却也使中原诸侯大大的伤了元气。但就在那血雨腥风的数百年间，秦人却独处西陲，浴血拼杀，非但在精卫上游杀出了一大块根基，而且在戎狄骑兵攻陷镐京时，奋勇秦王以骑兵对骑兵，杀得东晋戎狄狼,狼狈西逃。 从而成为以赫赫武功立于东周的大诸侯国。老秦人牺牲了万千生命，吃尽了中原人闻所未闻的苦头，也积淀了百折不挠、傲视苦难的族群品格。秦孝公和他的臣子们都知道，雨天行军对于山东六国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老秦人却是十分寻常，而且目标就在本土之内。 根本不用携带粮草辎重，沿途城池便可就近取食。以秦军的耐力，旬日之间便可抵达陇西大山。如果战事顺利，秦军班师之后，便可全力防范东部，由两面受敌变为一面防御。这就是一场老林雨将要造成的战事格局。左庶长营前冒雨匆匆走了。 他要立即调兵遣将，当夜便要派岳阳城的骑兵以千人队为单位陆续上路，斥候要出动，粮草使者要出动，兵器马具要检查，行军的秘密路线要确定，集结地点要预先警戒，等等，事情是太多了。更重要的是，营前第一次以左庶长之身担任全军统帅，身边尚没有久经锤炼的一般军务司马。 事无巨细，几乎都要他一个人独立决断了。君上，能否给左庶长派出一个副将？景监轻声道。秦孝公重重的叹息一声：“有当然是好，可人在何处？你倒是堪当此任，可又派谁做秘密特使？子岸也可。” 可这岳阳城守将又派谁？你不见正史堂一般大臣青黄不接，文武不济，有几个堪当大任者？无法之法，只好勉力支撑了。好在五万骑士久经战阵，统帅大将，或可顺当一些。颈监一阵沉默，拱手道：“君上，我也去准备了。若无意外，我当后日出发。” 景监告辞。秦孝公微微一笑：“景监啊，你这不能露面的密史，可是个用心思的活计。我倒想派个帮手给你，如何？”景监谢过君上，但不知何人为副使。景监很是兴奋。别忙，不是副使，是个帮手。人嘛。 我还得想想。年轻的君主露出罕见的神秘笑容，景监不由自主的一笑，却也不好再问，便告辞而去。五。国耻刻石，血泪斑斑。天地苍茫，细雨霏霏。清晨的岳阳城，秋天般的冰凉。 岳阳城内有一条狭窄的无名小街，这里住着一个有名的老秦人，他便是做了四十年石工的白驼。老人清早起来，抬头望望黑沉沉、厚腾腾的乌云，低头看看小院中还没有泛出光亮的夯土地，虔诚地跪在石板屋的浅檐下，向天祷告：“上天有好生之德。” 好好的下吧，一个春上都没有雨了。甚时这院子泛亮了，上天再晴不迟。这时，老人听见了啪啪啪的拍门声，不轻不重，很有节奏。老人小心翼翼地向门口走来，极力不让自己滑倒。老秦人的民谚：男爹晴，女爹阴。 男人雨中跌倒了，天就要放晴，如何得了？戴老人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到门口，拉开石门，却惊讶地站在那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一辆牛车拉着一方用黑布包裹的大石，牵牛赶车的是一位和他一样白发苍苍的老者，车后站着的是一位粗黑布衣的后生。 赶车老者拱手作礼道：“敢问足下可是白驼老人？岳阳城里有牛车的，绝非寻常人家。”老人连忙拱手：“石工白驼，见过大人。我想请足下刻一大石，一百老刀币，不知可否？”刻石，老石工感到惊讶。 连年征战，死者无算，暴尸荒野寻常事，何曾有人给死者立过刻石？他已经二十年没有给人刻过石了。近日此人要刻石，莫非国府里有大人物崩逝了？况且工钱高出寻常三倍之多，寻常平民谁有如此气魄？又觉不对，公事时刻。 历来是岳阳令派遣里长传令他进宫扶摇役，何曾上门做请？劳师公黄惑中不及多想，深深一躬道：“粗使伙计，何敢当一请字？请大人暂过，我唤接临前来搬石。不劳不劳，我自搬进来便是。”老者从容拱手，一转身。 从平板牛车上将大石横着翻起，微微蹲身，背靠大石，轻轻地嗨了一声，已经将大石背起。白驼老人慌得连忙让路，惊讶面前老者竟有如此大力，一不小心脚下打滑，已经跌倒在院中。白驼老人慌得忙不迭跪在泥地里向天叩头，高声祷告。 上天呐，上天！小民不易滑跌，你可不能不下雨啊！牛车后一直没有说话的黑衣后生，快步走过来扶起老人家。老人家，男爹晴，女爹阴，老人家爹得下联音，你怕老天爷不下雨吗？白驼老人禁不住嘿嘿嘿笑个不住。 后生爷，我看你是个贵相，你这个咒解得好，解得好啊！老人爹得下联音亏你想得出，老秦国不能没有雨呀、啊。黑衣后生笑道：“民心就是天心，上天还能另一套？老人家进屋，院子里淋雨。这时。” 背大石的老者已经稳步走进了中间没有门的石刻坊，小院中留下了足足有半尺深的一串脚印。老者似乎对这里很熟悉，一蹲身便将大石板搁在了最适合凿刻的木座上。等黑衣后生将白驼老人扶进来，黑衣老者已经气定神闲地站在那里了。 老师公上下打量，惊讶的合不拢嘴，深深一躬：“老哥哥，真到天人神力。”黑衣老者笑道：“白大哥，不敢当。看看这块石板了。老师公走到石架前一瞄，已经从黑布没有包严实的角落。 看出这块石板并非新采的山石，而是一块很难打凿的老青石板，不禁拱手问道：“老哥哥几时来取？”请白大哥目下就坐，我等在此守候，刻完搬走。老朽多年未动斧凿刻刀，白驼老人有些忐忑。 实在怕对不住面前这两位贵人，老人家，国人说你是鬼斧神工，不会差池的。看着这年轻人的信任目光，白驼老人顿时精神抖擞。行，请两位稍坐片刻，我看看字文。说着，熟练的抖开布结，一眼看去，顿时脸色大变。 老石工虽远不能成为读书人，但石工长久与课文打交道，字还是识得些许的。青石板上这斗大的两个字，分明是“国耻”二字。一时间，老石工心惊肉跳：谁敢刻这样的石文，将“国耻”刻在石上流传？刹那之间。 老石工似乎明白了什么，回头打量一老一少，却见黑衣后生向他深深一躬，默默注视着他。白驼老人也是默默转身，褪下沾上泥水的衫裤，换上石工劳作时穿的破旧羊皮裤，拿过铁锤、凿子和斧子，走到青石板前。 蹲身跨在石板上时，老人双手颤抖，将铁凿凑近大字，却迟迟不敢下垂。那个黑衣后生站在他身旁，温和地问：“老人家，老秦人都是这样想的，对吗？”白驼老人。 满含热泪，默默点头。那就下垂，老人家。当，这一开锤，声震屋宇，余音久久回荡。老石工大滴大滴的泪水，随着铁锤之声，在石板上飞溅。 赤裸的脊梁渗出了汗珠，一双胳膊青筋暴起，满头白发瑟瑟抖动。老人觉得，这不是刻字，而是一锤一锤地将自己的儿子、妻子、女儿和族中战死者的灵魂，镶嵌在这永远不会衰朽的石刻上。锤凿。 打到石旁一行小字时，老人已经不认识了，只是本能的感到，这是老秦人世世代代的血泪和仇恨，是灭绝刀兵血火的上天咒语。一锤一锤，老人虽是泪眼朦胧，却当真是鬼斧神工，分毫不差的将石刻文字打了出来，青石白字，力道。 齐家丢掉锤凿，白驼老人猛然扑到石刻上，老泪纵横，泣不成声。黑衣老者默默的蹲身扶起老石工，黑衣后生却转过身去，仰望着无边雨幕。白大哥，这是一百魏国老刀币，请收好。 黑衣老者从怀中拿出一只皮带，递给老石工。那时候，天下称魏国老刀币为“老魏钱”，那是魏文侯时期锻造的刀形铁钱。因为笨重，携带不便，魏国已经不再锻造了。但这样一来，反而使这种刀币成了兼具古董意义的名钱，走遍天下皆视为珍品。 白驼老师公是居住在岳阳城里的国人，也是官府管辖的百工之列。比起穷乡僻壤的耕夫，虽然好一些，但也是穷得叮当作响。这一百老刀币，对于一个岳阳老工匠来说，无疑是一笔大钱。何况老石工白驼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种名贵的老刀币，谁想老石工却瞪起眼睛，声音嘶哑道。 老哥哥哪里话？这两个大字由老白驼锤凿出来，死也安宁了。给钱，却将老白驼看得贱了。老哥哥，可知一句老话？黑衣老者郑荣回答：“舅舅老秦，共赴国难。”招。 钱为何物？要它作甚？说话时分，黑衣后生走出门去，从牛车上拿回一个布袋，向老人肃然躬身道：“老人家高义大德，无以为敬，请收下这两条干肉，略表后生敬老之心。”老石工泪眼婆娑，后生。 你是大贵之人，托福了，我老白驼就收下这两条干肉了。老人猛然跪倒，向黑衣后生叩头不止。老人家，骤然间，黑衣后生语音哽咽，跪在地上扶起老人。秦国百公尚且难以食肉，这也是国耻啊！ 老人流着眼泪，哈哈大笑。有贵人识上两个字，老秦人吃肉的日子不远了。老人家说得好，老秦人终究有的肉吃。当哐啷咣当的牛车驶出狭窄的石板小街时，淅沥雨丝依然连绵不断。牛车拐了几个弯儿，便从一道偏门。 驶进了国府大院，直接进了正室堂前的小庭院。秦孝公脱去淋得透湿的夹层布衫，换上了一件干爽的布袍，又喝了一顶热腾腾的羊肉汤，便来到正室堂东厅。略显幽暗的空旷大厅中，黑伯已经将高大的石刻安放在事先做好的基座上。秦孝公。 端详沉思一阵，低声吩咐：“黑伯，一个时辰内不许任何人进入正室堂。”黑伯答应一声，出去守在了庭院唯一的石门前，却总是心神不宁。想了想，他招手唤过一个代班护卫的武士，低声叮嘱几句，便匆匆向最后一间走去了。 距日落还有一个时辰，国府大院第六进大厅已经是暗幽幽的了。但是，厅中闪动的红色身影和剑气光芒，却给沉沉大厅平添了一片亮色。练剑者纤细高挑的身影、飘飘飞动的长发，连同一身火焰般的红色劲装，都在显示着这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 这是一间摆满各种兵器的大厅，往后两件就是秦国的后宫，往前五件则是国君的政务诸事。这间摆满兵器的大厅隔在国君与后宫的中间，叫短兵厅。厅中兵器架上是各种各样的短兵器，非但有中原各国流行的骑士后背短刀和阔身短剑。 还有已经灭亡的吴国的弯剑、吴钩，其他诸如韩国的战斧、戎狄的战刀、东瀛的打刀、越国的细剑、魏国的铁盾、赵国的牛皮盾等，几乎包括了当时天下的种种常用短兵器。练剑少女在厅中不断选择各种短兵器演练，无论快慢，都是一点儿也不花哨的基本格杀动作。 当他从剑架上拿下一柄吴钩弯剑演练时，挥剑斜劈，却怎么也没有凌厉的剑锋啸声。他不禁皱皱眉头，连劈数次，还是不行。停下来想了想，他掏出汗巾擦擦，提着吴钩向前院匆匆而来，步履轻盈，步态柔美，风一样掠过了一道道门槛。 正式堂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刷刷刷的雨声。少女轻手轻脚地走进庭院，走到书房门口，轻轻叫了一声“黑伯”。见没有人答应，她顽皮地一笑，伸长脖子向书房里张望，也没有人。她拍拍自己的头，忽然一笑，便从长廊下向正室堂大厅轻盈走来。 走到门口，他又伸长脖子，顽皮的笑着往里张望。忽然间，他屏住了气息，美丽的脸上充满了惊愕和恐惧，急急捂住已经张开的嘴巴，轻轻退出几步，转身向后院飞跑而去。片刻之间，红衣少女扶着白发太后来到正室堂门外。 黑伯疾步在前，打开正室堂虚掩的厅门。白发苍苍的老太后没有说话，只向黑伯，摇摇手，径自走进正室堂。黑沉沉的正室堂里，赢渠梁躺在地上，身上沾满了片片点点的鲜血。身前五步之外，立着一座高高的石刻，石上的血迹在沉沉大厅中。 发着悠悠红光。二哥，一声哭喊，少女扑到赢渠良身上。太后站在刻石前一动不动。大石中央是触目惊心的两个大字“国耻”。大字槽沟里的鲜血还没有凝固，细细的血线还在蜿蜒下流。 大石右上方是一行拳头大的字：“国人永志，六国分秦，是为国耻，天下悲秦，丑莫大焉。”左下方是“迎渠梁元年”五个字。石上血迹斑斑，血线丝丝，令人不忍卒睹。 一回头，太后见儿子还在妹妹怀中昏迷未醒，两根断指还在淌血。刹那之间，太后脚步踉跄，几乎要昏倒。她咬紧牙关，扶住大柱，终于站稳，嘶声吩咐：“黑伯，背渠梁到后宫，快！”黑伯一个箭步冲来。 两手平身插进国君身下，平端起国君，飞步向后院的太后寝室而来。赢渠梁悠悠醒来时，天已经大黑了，无边雨幕萧萧落下，风铃铁马叮叮有声。烛光下，他面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眼睛却亮的没有半点衰颓气息。 他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药味儿，也看到了瓦罐前木炭火映出的少女泪脸。莹玉，他惊讶的轻声呼唤：“二哥，醒来了！”少女惊喜异常的跑过来，坐到榻前，边擦眼泪边笑：“疼不疼？饿不饿？吃不吃？手别动。” 赢渠良哈哈笑道：“不疼，不饿，不吃。对，你就睡觉。娘说了，今晚不准你走出这里半步。若有违抗，拿我试问。哦，娘呢？娘，娘出去了，不叫跟你说。出去，何处去了？阴雨天。” 如此的黑，年轻的国君一下子坐起来，推开妹妹就要出门。哪里去？我回来了。太后板着脸走到门口，显然是刚刚拿掉雨布，鬓边,边还有水珠，衣裳还有水渍。娘，你到外边去了？秦孝公急问。你先给我坐回去。 盈玉一见母后，立即来了威风，将二哥推到榻上。太后笑笑：“没事儿，我出去转了转。渠良啊，坐，和娘说说话。做了国君，见你一面都难了。”老人悠悠一叹，脸上却挂着慈祥的微笑，仿佛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娘。 曲良不孝。秦孝公眼中含泪。哪里话来？太后坐到绣墩上。屈良啊，娘知道你心气高远，有担待，可娘还是要说，你太过急切，又自责过甚。忧国忧民是好君主。 若过甚伤身，得失可是难料也。秦孝公沉重的叹息一声，默默点头，又默默摇头。这时，黑伯用铜盘托着一只热气腾腾的铜鼎进来，默默放下，轻步退出。莹玉，给二哥盛鹿龟肉，鼎中肉汤。 也全叫他喝完，是。莹玉高兴的拿起小陶碗和长木勺，从鼎中盛肉舀汤。秦孝公惊讶道：“娘，何来鹿龟肉？龟肉可吃吗？”太后微笑道：“娘和黑伯去猎到的。这龟、龙、麟、凤乃四大灵物，寻常时。” 自然不能食它，然圣贤绝境，万物可食。我儿渠梁既受天命为一国君主，忧国伤身，上天自会体恤的。老人又是轻轻的叹息了一声。半月之内，你要把这只野鹿和十只山龟给吃下去，一分一毫都不许留。莹玉，你替娘看着。是，尊母厚命。 灵玉高兴地端着陶碗走到榻前，二哥，即刻就餐。黑伯走进来，拱手道：“君上，太后入山前设坛祭天，入山后第一道山口就撞上了这只鹿，射杀野鹿，山石后就爬出了这十只小山龟，此乃天意，君上安心进食无妨。” 秦孝公不再说话，默默的吃肉喝汤，脸上渐渐渗出汗珠。太后和莹玉一直守候在房中，又逼着赢渠梁喝下了太医配的草药汁。娘，秦孝公精神振作，微微一笑：“我想给小妹派个事做，你看如何？”好也，我也能派上用场了。 秦玉先自高兴起来，娘不赞同不行的。秦孝公正色道：“太后笑道，说来听听，何事？”秦孝公诡秘的一笑，娘且复而来，摇手让嬴玉回避。嬴玉大急道：“莫非想卖我不成？”孝公与太后大笑，太后走到榻前。 孝公一阵低语，太后沉吟良久。九九老秦共赴国难，公氏子弟岂能例外？去吧，他也长大了。莹玉高兴的摇着太后胳膊：“娘答应了，好也。”不知何事，高兴个甚来哟？太后板着脸。 嬴玉笑道：“无论何事都是好事，反正嬴玉有用了，将你卖到魏国去，高兴？”秦孝公正色道：“啊，真的！”嬴玉尖叫一声，太后孝公一阵大笑，嬴玉也清脆的笑起来，向秦孝公狠狠的扮了个鬼脸。五更起身。 秦孝公精神大好，在短兵厅练了一回剑术。他心思细密，昨日书写血石时斩断的是左手两指，右手对他太重要了。至少提笔执剑是决然要用的，所以虽然左手吊着布袋，依然没有影响他的晨练。练完剑，天色已经蒙蒙发亮，老林雨暂时停了，天上黑云却是向西疾飞而去。 秦地燕云，云向西，雨滴滴。看来上天的老林雨还得下。秦孝公来到书房时，恰逢左庶长赢前遣使急报：先头两万骑兵已经逼近陇西，后续两万骑兵三日内也可抵达。戎狄方向还没有动静。赢前声明：四万骑兵足以镇剿叛乱，决定不再向西调兵。 秦孝公思忖有请，对军史写了回书，赞同营前部署，并在最后重重写了八个大字：“万物懈怠，务须全胜。”封好密闸，军史急速而去。秦孝公看看天色，已是大亮，便唤黑伯牵马，带了两名护卫出岳阳城东门去了。出城十里，道边一片杨柳新绿。 细雨方停，微风摇曳，直是青翠欲滴。新绿中掩着一座用石柱石板搭成的石亭，虽是粗拙古朴，倒也宽敞干净。亭中石案上摆着两只大陶碗，碗中盛着清亮的米酒。亭外引道上停着一辆锃亮的青铜摇车，虽只有两马驾拉，但雄俊的马姿一看。 便绝非凡品。摇车旁肃立着十名红衣壮汉，身旁各有一匹纯色良马，还有四辆被牛皮扇得严严实实的篷车停在道边。杨柳新绿下站着一个华贵锦绣的人物，红色的绣金披风和头上的六寸白玉冠，使他的背影也显得风姿英华。寻常人看来。 这一行人马只能是山东的巨商大贾，贫弱的秦国如何有的如此的富商车队？华贵的主人身在杨柳之下，眼睛却不断地向岳阳东门瞭望。终于，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渐渐的，岳阳东门的三骑快马从较为干硬的草地上飞驰而来，到了十里亭。 三骑士走马进入杨柳林中，翻身下马。为首者大笑：“好，这摇身一变，还真是一派大富大贵、成事吉兆。”风姿华贵的青年深深一躬：“君上，道边不便久留，若无叮嘱，景监便告辞起行。自当如此。来，你我共干一碗老秦酒，为你壮行。”说着，拉起景监的手，进入石亭。 还记得我说过，给你派个帮手的事儿吗？记得，君上却是一直未派，臣也疏忽了。今日我将此人交给你，黑林，过来见过特使。遵命。只听一声脆亮的回答，秦孝公身后的一名武士走来，向景监拱手一礼：“千夫长黑林见过特使大人。警”景监一瞄。 此人年轻俊秀，声音脆亮，心中便闪过一个念头：如此女气，竟能做千夫长，却又立即想到，既是国君推荐，想必不是平庸之辈，便笑道：“好，你就给我做总管。”年轻的黑林又挺胸高声道：“遵命！”大步站到了警监身后，俨然一个贴身总管。 秦孝公叮嘱：“黑林是黑伯的长孙，缺乏历练，黑伯托你要严厉督导。”景监明白。秦孝公端起陶碗，肃然站起道：“魏军壮行，干！”景监双手举碗，臣万死不辱使命，干！陶碗相碰，两人一齐举碗，咕咚咚一饮而尽。 臣告辞，景监深深一躬。走吧，我看你等上路。秦孝公肃然拱手。与虎谋皮，擅自珍重。君上保重，后会有期。景监踏上摇车，最后一拱，淋淋而去。年轻俊秀的黑林回头向秦孝公望了一眼。 也上马飞驰而去。青翠欲滴的杨柳林中，秦孝公遥望着渐行渐远的红色车马，消失在霏霏雨雾中。打马一边，回身驰出柳林，向岳阳城急急去了。六，庞泽猎场中阴谋与财富较量。庞泽猎场。 艳阳高照，和风带暖，正是围猎的大好时光。庞泽岸边是起伏连绵的山，尤其是北面的芒山、荡山，遥遥相望，恍若一体，时人统称芒荡山。这片山泽密林苍苍，苇草茫茫，其中又不乏起伏舒缓的大片草地，是各种野兽生存的上好水草之地。 也是便于持突狩猎的家常圣地。芒砀山之所以成为中原围猎的圣地，还在于它有两种极为珍贵且奔跑如飞的灵物：一是麇，二是麋鹿。麇后人称为獐，四鹿却没有角，非但善于奔跑跳跃，而且可以逢水游泳，正是狩猎高手极具刺激的对手。麋鹿。 当时人称四不像，其脚似鹿非鹿，其头似马非马，其身似驴非驴，其蹄似牛非牛。这四不像温顺通灵，若能补到驯养，那真是善解人意的罕见珍品。然而，最吸引狩猎者的是四不像的肉，是天下难觅的补阳神物。会盟大典上，魏惠王所说的庞泽鹿肉，正是此物。 有天下闻名的猎场，六国会盟这样的盛典，岂能没有一场大型围猎？魏惠王是个非常精于享乐之道的君主，更是大型围猎的各种高手。祖父魏文侯和父亲魏武侯已经创下了强盛基业，他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华丽的宫廷中度过的，既没有带兵打仗，也没有出使奔波。 虽不能说沉溺于声色犬马，却也是实实在在地浸透了富贵奢华。三十年前，父亲魏武侯病逝时，要不是弟弟公子缓密谋篡夺他的继位权利，他也绝不会打起精神与公子缓势力周旋，最后将其全部铲除。即位以来，他一直以这次夺位大战为骄傲，认为自己是天生奇才，自当统一天下。 即位第二年，他即宣布称王，向天下显示了他的勃勃雄心。列国嘲笑他继位八年一事无成，他哈哈大笑。在他看来，真正的王者是大气挥洒，关键处一战定乾坤，何在乎整天计较些许胜负？像六国分秦这样的大谋划，如果不是他这个魏王，谁能聚盟六大国？ 大计一旦确定，实施交给丞相和将军们就行了。王者气度在于挥洒富贵，使天下仰望如万仞高峰，使能震慑天下。正因如此，魏惠王对会盟围猎异常重视。昨夜在王帐中与公子昂谋划到四更天放水，其间上将军庞涓紧急进谏，报告。 赵国策动秦国叛乱迟滞和秦国阴雨连绵的事，意欲请魏惠王敦促六国从速集结兵马，等待机会。魏惠王大手一挥：“上将军明日再议可也，围猎大事须得谋定。”庞涓闷闷不乐，他要庞涓坐下出谋划策，庞涓却说：“臣不通狩猎，臣告辞。”他知道庞涓出身寒门。 确实不懂大型狩猎，也没有挽留。之后，魏惠王又和公子昂琢磨了围猎的每个细节，才打着哈欠去了后帐，扑到已经酣睡的胡姬身上。早晨醒来，晴空艳阳，魏惠王的心情特别舒畅。围猎总帅公子昂一声令下。 魏国的三千铁骑和临时增调的七千部卒，共一万之众，分作三面，浩浩荡荡,荡地向芒砀山猎场进发。漫山遍野，鼓号震天，旗帆飘扬，场面蔚为壮观。魏惠王戎装甲胄，身背硬弓长剑，踏上大梁工匠特为六国围猎打造的王车，隆隆出动了。 明亮的阳光与王车镶嵌的极品珠宝交相辉映，使车中的魏惠王天神般灿烂威武。环视原野的壮阔气势，他觉得自己比周穆王神游西天还要有气魄。在他的王车后面是胡姬的一辆小巧精致的青铜腰车。胡姬内穿紧身红裙。 外罩一领价值连城的红底金丝披风，在金灿灿的铜车盖下，尽显妩媚的风采。这是魏惠王的精心杰作。他没有让胡姬乘坐篷车，而是让她乘一辆特制的摇车。这种摇车是天下通行的车辆，轻巧坚固，有一顶车盖立在车厢中央。 若是官车，则车盖的高低以车主人品级的高低而定，最高六尺，最低三尺。胡姬的车盖自然是六尺极品，站在车中亭亭玉立，裙带招展，比坐在四面遮挡的篷车中倍显风姿。再后并行的是上将军庞涓的战车和围猎总帅公子昂的华丽腰车，只有庞涓固执。 自己亲自驾驭一辆战车，腰系短剑，背负弓箭，脱下了会盟大典时那身华丽的装束，换上了一领黑色披风和战场甲胄。正是这一点，魏惠王奈何不得庞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魏惠王隐隐约约,约的有点不喜欢庞涓，觉得他有时莫名其妙的让自己扫兴。按照本心本性。 魏惠王不大喜欢这种一天到晚国事不离口的死板僵硬人物，身边一个丞相公叔痤，一个上将军庞涓，恰恰都是这种人，令魏惠王经常感到很不自在。若非公叔痤和庞涓目下是魏国柱石，魏惠王可能根本不想见他们。林林隆隆的车声和马蹄声、鼓号声、脚步声。 四野驱赶野兽的呼喝声混杂弥漫，等闲之人耳音闭塞，讲话也不由自主的高声大气。车上的魏惠王却是耳聪目明，不断向四野瞭望。猛然，他眼睛一亮，长剑向高坡后一指，高声命令：“死不相快！”玉手一抖，马缰四马斩蹄，王车便隆隆冲上高坡。 坡下绿色的苇草中，正有被军士驱赶出来的几头四不像奔跑跳跃。王车向坡下冲锋间，魏惠王已经取下硬弓，搭上长箭。看看飞驰的王车，渐渐接近四不像百步之遥，魏惠王一箭射出，领头的那只四不像悲鸣一声，倒在苇草中挣扎。魏王万岁！ 四面山头上围观的军士一齐欢呼。欢呼声中，王车已经冲到。魏惠王左手抓住车轼，俯身一个鱼鹰掠水般的动作，将那头带剑的四不像撸上王车。万岁！万岁！魏王万岁！漫山遍野又是一阵欢呼跳跃。 魏惠王对着刚刚赶到的胡姬大笑：“这只四不像，赏给胡儿。”胡儿谢过我王。胡姬艳丽柔媚的笑了。公子昂在摇车上拱手赞叹：“我王不愧猎场高手，臣弟钦佩之至。”魏惠王大笑：“庞泽逐鹿，鹿死我手，急召也。庞”庞涓。 瞭望着北面的广阔山原，指着隐隐约约的红蓝色旗帜，魏王，山后赵侯正向这边围过来了。魏惠王豪气大发：“好啊，翻过山去会会赵种。”围猎总帅公子昂高声命令道：“猎场北移，汇合赵国。”大队人马轰轰隆,隆隆向北面的山头围来。 翻过山头，只见苇草茫茫的山坡上奔驰着赵国的三千骑兵，他们是驰马为猎，赵成侯也是弃车换马。若不是那一件翻飞舒卷的红蓝斗篷和那面随他飘移的赵字大旗，偌大猎场还真是难以找到他的准确位置。魏惠王向庞涓一挥手：“走，追上赵忠。 说完，轻轻跺脚，王车向长长的山坡俯冲而下。庞涓一抖马缰，两马战车隆隆跟进。手搭凉棚一望，魏惠王眼见赵成侯在飞马追赶一头奔走如飞的军，高声命令：“斜插过去，截住那支军。” 但是魏惠王的王车尚在赵成侯的战马之后大约三箭之地，要斜插越前，首先就要追上赵成侯。玉手一声长啸，四匹火红色的西域良马一齐嘶鸣飞奔，直逼赵成侯的白色战马。赵成侯久经沙场，视野宽阔，早看见魏惠王驾车来追这头獐子。 假若这头獐子果真被魏惠王劫取猎获，赵国颜面何存？他自然知道魏惠王的王车宝马皆是天下极品，寻常战马根本无法与之争先。但他这匹白马却大非寻常，原是阴山草原的野马驯化而来，非但有一日千里的长腿耐力，短程冲击的爆发力更是如霹雳闪电。他冷冷一笑。 打了一个长长的呼哨，雄俊异常的白马长嘶一声，凌空展蹄，贴着茫茫苇草，几乎是飞了起来。虽然如此，魏惠王的王车也已经从三箭地之外赶了上来，四马嘶鸣，车轮隆隆，气势非凡，堪堪接近。王车企图斜插超前，岂知白马灵动异常，赵成侯外侧的脚轻轻一贴。 白马箭一般窜出半头，截住了斜插之路。狩猎竞赛，魏惠王的王车自然不能去硬撞赵成侯的战马。王车御手一声尖笑，四马鼓勇飞起，要靠更快的速度迂回超前。一旦超出，魏惠王便可一箭射中三丈之外的章子。千钧一发之时，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条小溪。 王车驷马，不避溪流，隆隆冲入水中。此时，白马却是一声长嘶，凌空而起，飞过小溪。在白马下落的瞬息之间，赵成侯也从马上凌空飞跃，一只大鸟般急扑张子，活活将飞跃的张子一把抓住。赵成侯双手提起张子，哈哈大笑：“魏王承让。”魏惠王也哈哈大笑。 赵侯该当得此军，可喜可贺。这时，庞涓的战车也已经赶上，向赵侯拱手笑道：“恭贺赵侯马到成功。”赵成侯提起章子笑道：“上将军，送你做个坐垫。”正欲掷出，低头一看，哈哈大笑：“惭愧惭愧，竟叫我给整死了。” 说完，双手向前突然一抛，章子便向庞涓凌空飞来。庞涓双手接住，端详，笑道：“没有伤痕，他与两马竞跑，活活累死了。”魏惠王与赵成侯同声大笑一阵，笑罢，赵成侯拱手道：“魏王，我的密使已经派出，不日将到陇西，魏国大军也该出动了。盟主不动。” 他国不敢争先也。庞涓笑道：“赵侯不以为太迟缓了吗？”“不缓。”赵成侯笑道：“关中正逢阴雨，恰好给了我策反需要的一段时日。六国兵马应该趁此时机，即刻着手集结，开进各自位置。魏国、韩国在函谷关内，楚国在武关内。” 赵国在离石要塞，燕国当在云中以西。假若集结迟缓，西部一旦起事，就会孤立无援；东部也会失去机会。魏惠王很不愿意在艳阳高照的猎场说这种事，觉得简直是浪费大好时光，但又不便直说，皱着眉头问庞涓：“上将军之意如何？”庞涓拱手笑道。 臣以为，赵侯不必思虑大军集结之事，庞涓会叫你满意。赵侯只要把西部的事办妥，足以。好，有上将军一诺，赵种安得不放心？赵成侯又转头笑道：“魏王啊，这齐国不出兵，还要分一杯羹，公平吗？”赵种以为，齐国至少当出粮草兵器。 和一些军饷。魏惠王沉吟，点头，有理，好，找齐王说去。说着，一指东边山后的紫色旗帜，在那里，走。一跺脚，王车从草地上平稳滑出。赵成侯飞身上马，庞涓催动战车，一齐向东边山头而去。翻过山坡。 但见起伏不平的茫茫苇草中，舒卷的紫色大旗四面飘扬，显然在从四面围赶鹿群。两支队伍轻骑尺兔倒更像是战场操练。年轻的齐威王亲自驾着一辆战车追杀猎物，看阵势，他显然已经发现了魏惠王赵成侯驾着车迎了过来。齐国将士也从四面聚拢而来。齐威王遥遥拱手。 魏王、赵侯、田因齐有礼了。魏惠王和赵成侯同时拱手，齐王猎物丰厚，可喜可贺。齐威王笑道：“魏王、赵侯可愿下车稍歇，品尝一番齐酒？正合我意。齐王可人也。赵侯来。”魏惠王大笑着跳下王车，赵成侯抚须大笑。 赵种九命岂有夺酒之理？当即翻身下马。齐国军士已经在草地上铺下了一张巨大的白色羊皮毡，又从一辆车上抬下三个木酒桶。毡旁草地上也支起了铁架。齐国军士利落地宰杀了一只四不像，吊在铁架上烤了起来。齐威王又郑重地请庞涓、公子昂和胡姬入座。 六人开始了热烈的饮酒谈笑。魏惠王转动着手中粗朴的盛酒陶碗，笑道：“齐为大国，简朴若此。”齐威王大笑：“魏王谬奖了，田因齐何敢当‘简朴’二字？”魏王想说：“我寒酸也。”众人一齐大笑。赵成侯道：“哪里话来？” 总比我赵仲还强一些，说着摘下腰间的啤酒袋，一晃，老兵一个。众人笑声中，魏惠王咳嗽一声道：“齐王啊，六国分秦，齐国有一份，你不出兵，能否出点财货粮草？”齐威王沉吟道。 但不知盟主想让齐国承担几多？军粮十万斛，马草五万担，盔甲兵器五万套，另加万金。齐威王思忖有请。魏王，粮草兵器我出，万金之数，齐国无力承担。魏惠王大为惊讶，万金。 也无法承担，齐国财富何处去了？齐威王看魏惠王惊讶的样子，不禁大笑道：“国有财货，安得无处可用？奖励垦荒，更新兵器，开办学宫，赏赐将士，何处不用金钱？田、因其粮草、兵器有一些，金钱可是拮据的很。” 魏惠王睁大眼睛，一副匪夷所思的样子，大摇其头。齐王何须搪塞？一个几百年大国，任何一件国宝便价值连城，如何能拮据若此？国宝，不知魏王所指何物？魏惠王哈哈大笑，看来齐王国宝还是很多，本王何知你误哉？齐威王摇头微笑。 惭愧的很，田因齐不知魏王所指国宝为何物。魏惠王豁然站起，高声道：“天下财货聚于王室，天下富贵莫过国王。王富而国富，王有宝而天下安。这王室藏宝就是国宝，国宝就是国力。目下魏齐并称王国。” 田齐又是继姜齐之后的老牌大国，你田氏在一百年前就是姜齐的公卿首富了，国老多才，齐国岂能没有国宝？国宝就是国力，魏王之意，谁的国宝多，谁的国力便强。魏惠王颇为矜持的笑道：“多宝强国。” 自古皆然。齐威王摇摇头：“齐国没有这种国宝。”魏惠王慨然一叹：“不管齐王所言真假，本王都让你看看我的国宝，你来看。”他用手一指那辆光华四射的王车：“我大魏国虽然立国刚刚百年。” 但却有镇国之宝——十颗夜明大珠。你知道这种大宝珠吗？每颗直径一寸，其光芒在夜晚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若一百二十辆华车相连，简直一条彩龙。你看，眼前我这辆王车镶有两颗宝珠，足使这辆车价值连城，超过楚国和氏璧。话音落点，外围的魏国军士。 一片欢呼。魏惠王轻蔑笑道：“齐国曾富甲天下，难道可怜的没有一件国宝？”齐威王依然微笑。盟主，我的国宝不一样。魏惠王一怔：“哦，还是有嘛，请到齐祥。齐威王爽朗笑道：“田婴齐以为。” 国宝者，国家栋梁之才也。田因其不才，数年来寻觅这种国宝，筑起稷下学宫，召集天下名士，也才堪堪觅得几位可称镇国之宝的人才。目下的齐国，南有大将谭子镇守，南部十二小国对其称臣；楚国亦不敢北犯我边界，西有郡守田畔镇守高唐关。 赵国人再也不敢随意到齐国水面捕鱼，反而与我修好，赵侯对吗？北面有能臣前夫镇守滕城，民众安居乐业。燕国七千民户迁入齐国，我增加人口十万。临淄都城有众手做司寇，齐国盗贼消失，夜不闭户。另者。 我齐国还有当世名将田忌镇抚四方，田将军见过魏王。外围战车旁肃立一员大将，正是昨日赶到庞泽的齐国大将田忌。他上前拱手作礼，田忌拜见魏王。魏王康健，魏惠王面色难堪，却又不得不点头示意。齐威王愈发直出胸臆。 齐国至宝，光耀万里，岂止照亮十二辆兵车而已？本王以为，财货应交于商人，换来粮食、兵器，充实国力。珠宝藏于王室，徒然四壁生辉，有何价值可言？魏王头上一颗明珠，虽价值连城，然顶于王冠，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魏王爱姬身上这一领金丝斗篷，更是价堪帝国。然寄于一身，于国何益？于苍生何益？一席话，齐、魏、赵三边人马肃然敬场。猛然，齐国军士欢呼雀跃起来，万岁之声震于四野。魏惠王脸色尴尬，公子昂不知所措，庞涓默然低头。 突然，马蹄如雨，两骑飞至，报声未落，两人已在魏王面前拜倒。何事惊慌？魏惠王无端的声色俱厉。齐将高声报：“禀报大王，公叔丞相病势危重，请大人回宫，陈明大事。”魏惠王颇为不耐，久病在床，有何大事可言？齐威王正色拱手。 魏王国务繁忙，会盟也已经中期，田因齐告辞。突然，魏惠王觉得此话应该由他先讲，如何？你便先讲了，脸一沉，不睬齐威王，大步转身回宫，跳上王车，隆隆而去。赵成侯纵声大笑，不想齐王骑兵突出，快哉，快哉！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赵侯不也一样吗？两人同声大笑，互相道别，动一东一西，分道扬镳而去。明媚的阳光下，茫茫苇草像金色的波浪，隐没了远去的旌旗战车。悠长的牛角号呜呜卷走了万千铁骑，庞泽猎场，沉寂了。 第三章，安逸风云。一，洞香春，众口纷纭，说魏国。魏国都城安邑，纷纷传闻老丞相公叔痤病入膏肓，快要死了。有人惶惶不安，有人弹官相庆。惶惶者说，公叔痤是魏国的德政，他一死，魏国人可要吃苦头了。 谈官者说：“公叔痤是魏国的朽木，他一死，魏国就要大展宏图了。”近百年来，安邑人已经养成了谈论时政秘闻的习俗，大街小巷、坊间邻里，举凡有三两人之地，便会有宫廷秘闻在口舌间流淌。 若是酒肆、春楼、茶室、月坊这等诗人如流、名士穿梭的场所，就更是高谈阔论，争相对目下最重大的国事传闻发布真知灼见。其间，若有语惊四座之高论，便会获得众人一片喝彩声。若一个人屡屡有这等高论，这个人变成了风雅场所的名士，身价便疏忽大增。 这种论证名士不是等闲场所能造就的，必须是安逸市井和上层名流共同认可的大雅之所。这种大雅之所，其场地楼馆的华丽名贵自不必说起，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三个非同寻常的优势：一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即坊间所谓的名贵老店。 二是曾经有过几个大人物在这里成名的煌煌足迹，第三最难，就是这店主人也须的是世家名人或风雅名士，能三条凑在一起，自然凤毛麟角了。安逸人共同的口碑是：这样的大雅之所，安逸只有一个，天下也只有这一个。这便是安逸人的骄傲习性。 魏国的文明中心，便是天下的文明中心。安义最幽静的一条小街——天街，坐落着洞香春酒肆。这条小街南北走向，北口是王宫，南口是丞相府和上将军府，东西各有两条小巷通往繁华的街市。虽然说是小街一条。 却是城中的通衢之道，毫无闭塞之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条小街没有民户和店铺，只有三十多个大小诸侯国的邦交驿馆建在这里。街边绿树成荫，街中石板铺地，行人衣饰华贵，馆所富丽堂皇。安逸人称这条小街为“天街”，是说它没有尘世的风华喧嚣。 处处透出天堂般的富贵宁静和风雅。就在天街的中段，有一座绿树葱茏、流水潺潺的庭院，院中有一座九开间的三层红色木楼，这座木楼便是名满天下的洞香春酒肆。说到洞香春，安邑人如数家珍，它是魏武侯时期的大商人白圭的产业。 如果是纯粹商贾也还罢了，偏这白圭，非但是名满天下、富可敌国的大商，且在魏武侯时期做过多年丞相。魏国人认为白圭是与陶朱公范蠡相伯仲的旷代政商。白氏一族本是商贾世家，白圭的父亲在三家分晋前已经是魏氏封地的大商了。董香春便是那时候兴办的。 其实，这条天街的一半儿还是魏氏族众的商业街市，另一半儿则是魏氏家臣的住宅。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变法，震动天下，列国官吏、名士纷纷到安邑探寻底细。坊间交往，这些列国世子和官员们便向白氏抱怨：偌大安邑，竟没得个好去处，清谈饮酒。白氏心思机敏。 立即拿出一半家财，办起了这座洞香春。开张之日，白氏立下定规：非读书士子、百功名将、富商大贾与国府官吏，不得进入洞香春。这便将洞香春明确地当做了上流人群的清谈聚饮之所。幽静的院落、酒楼，精美的器皿陈设。 诱人的珍馐美味，名贵的列国老酒，还有温雅艳丽的侍女，每一样都是天下难觅的精品。一时间，明士、力元、列国使臣趋之若鹜。上卿李悝经常在洞香春和明士们论战变法利弊，上将军吴起也多次在洞香春论战用兵之道。更有周王太史令老子，儒家名士孟子。 自成一家的墨子、魏国骑士鬼谷子,子，都曾在洞香春一鸣惊人，飘然而去。后来白圭继承父业，又对洞香春屡加修葺、改进格局，名贵珍奇遍置其中。雅室、密室、酒室、茶室、骑士、彩士错落隐秘，更有宽敞舒适的论战堂，专供客人们聚义，重大国事。 曾有楚国伊顿、赵国卓氏等著名巨商，愿以十万金为底价竞买冻香春，白圭都一笑了之。后来白圭做了魏国丞相，白氏累代聚集的财富大部分捐了国用，唯独留下了冻香春。谁想他在魏武侯末年郁郁病逝，冻香春也一时顿挫。后来坊间传闻，白圭的小女儿执掌冻香春。 名流世子们更增好奇之心。虽然传闻这个小女儿丽志多才，文武兼备，但从来没有客人在洞香春一睹国色。如此，洞香春倍添神秘，更为诱人了。自从公书所老丞相的病危消息传出，洞香春大大的热闹起来。名流要人聚集的论战堂。 原本设有一百张绿玉长案，一人一案，正成百人之行。寻常时日，这是绰绰有余的。大多数时间里，名流势力们总是三三五五的聚在各种名目的雅士密室里尽兴饮谈。纵是大事，也未必人人都认为大，所以论战堂很少有人满为患的时候。近日却是异乎寻常。 雅室、密室、茶室、骑士，反倒是疏疏落落；连那些酷爱豪赌的富商大贾们最钟爱的彩室，竟也是空空如也。显然，到洞香春的客人都聚集到论战堂来了。虽则如此，洞香春也还是井然有序。侍女们轻悄悄地抬来了精美的短案。 又将平日里摆成马蹄形且有疏落间隔的长案前移接紧，在空阔的地毡上摆成一个中空很小的环形，外围又将短案摆成两层环形座位，围在四角留出侍女上酒上菜的小道。如此一来，错落有致，堪堪可容三百人左右。 这里没有等级定规，先来者都坐在中央一层长案前，后来者则都在外围短案前就坐。满座锦绣华丽，铜鼎玉盘，酒香四溢，侍女光彩夺目，当真是满室生辉。天下名士大商口碑相传，不到洞香春，不知前代小矣。 说的就是这种豪华痴迷的氛围之下，贫寒世子也会轻囊挥霍的诱人处。花灯初上，大厅门口走进两个一般年轻的红衣人，一个肤色黎黑，肩刚英挺；一个面白如玉，风神俊朗。坐后环立的侍女们眼中大放光彩。 立即有两名侍女飘到客人身边，轻柔地解下他们的大红金丝斗篷，款款有致地将两人扶进短案前就坐。瞬息之间，又有两名侍女捧上铜鼎玉爵，向爵中斟满客人指定的天下名酒。两名客人对雅致的侍女仿佛视而不见，只是目光炯炯地环视场中。诸位，我乃韩国游学之士。 今闻魏国丞相公叔痤病危身兼，不知座中列位对此有何高见，足使在下解惑。后座中一个绿衣世子拱手高声道：“我先问你，祸从何来？”前座长按一中年高官者矜持法文，绿衣世子笑道。 公叔痤三世名臣，出将入相，多有德政，且门生故吏遍及国中，对当今魏王有左右之力。若柱石骤然摧折，魏国内事外事安得不变？我之所获，魏国当变向何方？霸中原乎？往天下乎？安守一隅乎？红衣中年人矜持笑道：“君自远方来。” 安置魏国事，且听我为足下解惑。魏国三世以来，富国强兵已成既定国策。公叔痤虽为三世名臣，然主持国政也只二十余年事。公叔丞相为政持重，恪守理亏之法与文侯之治，对内富民胜于对外用兵。当今魏王即位八年，无改丞相一策。 即或丞相一朝崩逝，魏国依然安如泰山。此所谓人去正留，千古不朽。足下有何祸灾？哈,哈哈哈！后座一位紫衫世子站起大笑。人言安逸多有识之士，偏足下何出流俗之词也？魏王即位八年，魏国日益变化。 足下竟视而不见吗？变化之一，称王明志。变化之二，用兵图霸；变化之三，重武黜文；变化之四，会盟诸侯。由此四者，公叔痤旧政何在？魏国安得不变哉？好彩！厅中一片喝彩叫好声。 不容红衣中年人开口，又有人高声道：“足下之言貌似有理，实则诧异。魏国之变，变在其表；魏国根本坚如磐石。魏国为政之根本何在？民富国强，天下太平也。称王图霸，会盟诸侯，其意皆在西兵霸占，安定天下。此变与先君之道殊途同归。” 却是变末不变本，有何不好？疑惑何在？变末不变本，好。又有人一片喊好，却没有刚才热烈，也没有加彩。这是安逸九四论战场所的通常习俗。此美理正者为上乘，听者一齐喊好喝彩。 词巧理屈为忠诚，还好不喝彩；词理皆平，不予理睬。这种评判方式简短热烈，凭直觉不凭理论，往往反倒是惊人的一致。如方才一个回合，前者准确概括出魏国新君即位以来的变化，令国内外名流刹那警觉；又兼简洁锋利，自是上乘。 后者虽说剖析名实颇见功力，然距离人们对魏国的直觉判断总有游离之感，所以只有好而没有彩。这时，最后进来的黎黑年轻人微笑道：“敢问方才四辩之事，这第三辩众武触文却是何意？魏国可是领天下文风之先也？” 紫山世子爽朗大笑：“足下之说，何其皮毛耳！众武处文，是众庙堂之武，处宫廷之文。细微说之，公叔痤之文治日渐消退，上将军之武功日渐崛起。文衰武长，福也，祸也。此当为魏国国策变化之前兆，安得小事？好，才。” 一片哗然，厅中已有嗡嗡轰轰的议论之声。如此，敢问变化之走向如何？黎黑年轻人没有笑容。这一问，大厅中顿时肃然无声，众人一齐注视紫山世子。紫山世子也是一个没留胡须的青年人。 相貌平庸，却是气度不凡。他向黎黑青年目光一闪，道：“足下穷追不舍，非散论之道。然则洞香春乃文华之地，直书快垒，量也无妨。以在下远观诸段，魏国雄霸之志已定，三年内将谋求荡平天下。其间契机就在目前。公叔痤病逝之日。” 正是上将军铁骑纵横之时。话音落点，大厅中惊人的安静，人们竟然忘记了评判的惯例。黎黑青年向紫山世子摇摇拱手，平静入座，又和旁边的白面青年低语几句。足下何方人士，如此危言耸听？进场中。 站起一个红衣带剑的世子，面色红胀，抗声问道：“听足下之言，似乎魏国该当无所作为，方称足下之心。然则我大魏之国人是这么想的吗？”“非也。”公叔痤主政二十年，文治不图富民，武功连遭败绩。倘非上将军庞涓力挽狂澜，三战皆捷，魏国颜面何存？今公叔痤行将谢世。 正是魏王摆脱牵绊、锐意精进之日。天下虽大，唯有道者居之。难道战国争雄夺地，我大魏国统一天下，值得如此精怪吗？好！才！骤然间，大厅中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喊好声、喝彩声。黎黑青年也兴奋地鼓掌叫好，紫山世子却甩袖而去。 二，见贤杀贤，公叔痤忧愤而死。天街之南的丞相府，门前车马冷落，府内弥漫着沉重和忧伤。白发如雪的公叔痤躺在卧榻上，气如游丝，连睁开眼睛的气力都没有了。要不是他硬挺着一口气要见魏王，早已经撒手归天了。 作为魏国出将入相的柱石人物，他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去了。他已经顾不得计较卧病以来门前车马渐稀、魏王很少探望以及各种离奇的流言蜚语了。他目下唯一的希望就是魏王赶紧回来，听他交代一生中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的心中非常清楚，也还非常自信。无论是论功劳、论威望，甚至论苦劳，他都是魏国当之无愧的三朝名臣。更别说魏王的父亲魏武侯和他的君臣莫逆之情了。幕下的魏王即位以来，他的丞相地位并没有动摇。虽说打了几次败仗，还被秦献公俘虏过一次，没有给魏王增添武功的光彩。 但他依然是丞相，在魏国朝堂的地位依然那样显赫，魏王对他的亲密和信任也没有改变。他的忠诚和德行是有口皆碑的，在魏国朝野，嘲笑他才能平庸者大有人在，但诋毁他德行操守者却没有一句流言。从心底里讲，他的确认为自己是个忠才。 但他对许多才华之士却也看不上眼，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人缺乏一种养才成事的大德。他相信自己有大德，但却没有将大德化为正式的卓绝才华，立身有余却愧对国家。多年来，他内心一直深藏着一个愿望。 就是给魏国寻觅一个足以扭转乾坤的惊天伟地之才，同时，此人又必须具有高绝的为政品德，不至于给国家酿成后患。寻寻觅觅二十年，曾经沧海，却难觅一瓢之饮。谁想，在政事日少的这几年中，他却惊喜地发现。 自己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大才，竟然就在身边。国之大运，可遇难求也。他为此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愤激过多少次，也不知道谋划过多少次推荐方式，可最后还是一次一次的失败了。他真不知如何来办好这件大事，一直陷在深深的彷徨苦闷之中。以魏王说法。 上将军庞涓是当世奇才，似乎有了庞涓就可以一了百了。公叔痤却不这么看。论为政才能，他自认中长；论相人，他却自认是万不失一的天眼。庞涓所缺乏的是成大事的气局和大德大谋，如同他公叔痤所缺乏的是成事的才华一样。同是名将。 庞涓和魏国初期的吴起相比，明显的逊了一筹。这一筹就是高远的志向与绝不向衰朽沉浮妥协的坚韧心智。这是老晋国时候齐黄羊那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大功和开阔。庞涓可以为将为帅，但不可以为相总国，否则魏国必然要倾覆在他的谋划中。 但对这些道理，魏王总是哈哈一笑。后来公叔痤也就不再说了。国家稳定在将相之和，他老说庞涓与心何安。目下，公叔痤已经不想这些了，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最后一次向魏王推荐继承他丞相职位的大才。他相信魏王无论如何也会在最后时刻来看望他，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寝室中一片沉静，榻边侍女还立，面色紧张。坐在榻前的公叔老夫人束手无策，垂泪无语。公叔痤突然睁开眼睛，费力问道：“魏王回大梁了吗？”魏王昨夜回宫，说今日正午来府探你病情。 老夫人急忙回答：“你说，如何？昨夜回宫。公”公叔痤惊讶了。老夫人扶公叔痤坐起：“莫急莫急，魏王会来。”公叔痤失望的叹息一声，想说什么，却又打住了。停顿良久，猛然问：“未央在哪里？”一侍女上前。 丞相，钟庶子在书房整理丞相的书简。公叔痤气喘吁吁道：“请，请他来见我。”是，侍女应命，急忙去了。丞相府书房在前院第二进，在国事厅的跨院内。国事厅是公叔痤处理政务的正厅，也是丞相府的轴心。 国士厅向西有一个院门，进的院门是一座精致的小院，院内一片水池，绿树亭台，分外幽静。过了水池，有一排六开间的砖石大屋，这便是丞相府的书房。战国时代，丞相的权力非常大，这种大不是代替君主决策，而是独立开府，行使日常的国家行政权力。 所谓开府，是指丞相的府邸就是独立的国府官署，丞相有权不入王宫，而在府邸召集官员议事，并发布指令；而其他官员除了国君特许外，都必须在自己所属或执掌的官署处理公务。府邸只是单纯意义上的住所。公叔痤是魏国老丞相，而魏国又是最强大、富庶、风华文明的大国。 丞相府更是非同一般。就说这丞相府的书房，非但藏有天下有名的上古典籍和春秋战国以来各学派名家的文章抄检，而且藏有洛阳王室各大战国诸侯国的政令抄检。至于魏国变法以来的政令典籍，更是应有尽有。所谓“学在官府”。 说的便是官府拥有民间所无法比拟的藏书和出色的知识人物。公叔痤的丞相府书房设有六名少庶子和一名中庶子管理。少庶子多是年轻的文墨吏员，实际上是做日常大量的整理、修缮和书简事务。中庶子是成年的文职吏员，通常是开府重臣的属官。 可掌开府大臣指定的任何具体事务。在公叔痤的丞相府，钟庶子历来专门掌管书房。侍女来到书房时，长大的书案前坐着一位白衣人，低着头，神色专注地翻动竹简。侍女走进来，他根本没有察觉。钟庶子，丞相，请你即刻前去。 伏案白衣人闻声抬头，恍然点点头，豁然站起。他身材修长，一领长长的白布袍几乎要盖住那双轻软的白布鞋，连头发也是用白色丝带扎束，一只白玉簪横插在发束中。他虽很年轻，但却有一双锐利深邃的眼睛，脸庞棱角分明，与中原人常见的浑圆脸庞大是不同。 沉稳的举止中透出一种冷峻高贵，与丞相府小吏的身份相去甚远。他便是公叔痤所请的未央，执掌书房的中庶子。站起来时，他低声问了一句：“魏王来过了吗？”侍女道：“回中庶子，魏王尚未来过，说午时驾临的。” 他没有再说什么，默默走出了书房。从第二进书房到丞相的寝室小院，要穿过三进院落。年轻的钟树子走在冷冷清清的院落里，不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曾几何时，这里还是官吏如梭、热气腾腾；老丞相一病经年，偌大的丞相府竟变成门可罗雀的冷清所在。 连寻常时日最热闹繁忙的初令堂大院也生出了青苔。难道这就是人世沧桑、宦海沉浮吗？匆匆来到丞相寝室，未央拱手作礼：“未央参见丞相。”便不再说话。公叔痤挥挥手，侍女们退了下去。夫人，你也回避。 公叔痤向来不愿夫人欲闻政事，凡有大事必嘱夫人回避。公叔夫人也知道老夫君的讲究，起身离座，悠悠一叹，出门去了。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年轻人，语调迟缓，但却非常清晰的道：“鞅啊，你来我这里五年了，名为求学。” 其实老夫，并没有教给你学问，反倒是你，给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朝闻道，夕死可矣。看到魏国拥有你这样的英才，老夫死也瞑目了。公叔丞相，未央在府中五年，读遍天下名典。 且跟从丞相精研政务，受益匪浅。未央，铭记丞相大恩大德。未央神色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公叔痤微微摇头：“羊啊，不说这些。我要叮嘱你，希望你能留在魏国，成就魏国霸业。” 魏国之事，当一统天下也。每说到魏国霸业，老公叔就激动喘息。公叔丞相，魏国气象不佳，魏王不会用我。未央显得很淡漠。何以见得？ 公叔痤苍老浑浊的声音中，透着惊讶。一则，魏王即位以来好大喜功，不误国本，最先炫耀国力；如此国君对魏国衰退并无洞察，对治国人才，也不会有渴求之心。二则，魏国官场腐败过甚，实力竞争之正气消弭，趋势逢迎之邪气上涨。 魏王被腐败奢靡禁淫，如何能超拔启用一个小小中庶子？三则，上将军庞涓已经成为魏王的故宫重臣，他的战功使魏国朝野已经被表面强盛所迷醉，连同魏王，没有人会想到魏国的实力正在日渐萎缩，更没有人想到魏国需要第二次变法，第二次登攀。时事如此。 魏国如何能击破求贤？说到这里，未央沉重的叹息一声。公叔丞相，魏国不会强大很久了，未央留下也是无用。公叔痤紧紧盯着未央，老眼中闪着一种奇特的光芒。阳啊，你总是有特异见识。 这也正是老夫要鼎力荐举之理由。然则，请你实言相告：魏王若真心用你，委以重任，你将如何？二十年之内，魏国一统天下。未央的语气陡然变得坚定而自信。 公叔痤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满脸泛着兴奋的红光。样啊，老夫将不久于人世了。你能告诉我你真正的授业恩师是何人吗？我真想见这位高人一面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大乐事也。我渴慕这位高人。 有你这样的弟子，未央似有为难，神色却依然坦然。公叔丞相，先生与我有约，永远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应凭自己的真才实学立足于天地之间，而不能以先生名望立身。我之善恶功过，均应由自己一身担承。我当。 信守约定。公叔痤默然良久，慨然叹息：“世间有你等师生这般特立独行，人世才有五色当空，丰沛多才艺。”侍女走进来，低声禀报：“丞相，魏王驾到。”公叔痤眼中显出兴奋的光芒。 低声道：“羊啊，你先出去。”未央点点头，从侧门从容的走了出去。魏王驾到，寝室外护卫一声长长的报号。魏惠王来了，轻车简从，朴实无华，与往常大相迥异。他很是知道。 老公叔不是奢华，且很厌恶珠光宝气、高车驷马那一套。有几个王室子弟都曾因这个原因被老公叔罢职。魏惠王自己虽说是一国之王，老公叔也不能拿他如何。但对这个自望深重的三朝老臣，魏惠王总是有点莫名其妙的顾忌。这与对庞涓的隐隐约约的不喜欢不同。庞涓是布衣名士。 并无盘根错节的根基与渊源，魏惠王无需在庞涓面前掩饰心计，但老公叔不同。且不说公叔一族是三家分晋前的魏氏氏族，族中子弟遍及魏国官署，仅仅老公叔这个德操口碑满天下的老权臣就够你消受。他要总是唠叨你的短处，你就肯定安生不了，因为那很快。 就会被国人当作权威评判，你也自然就名声大跌。对这样一个老古董似的名臣，纵是国王也得收敛收敛。每见老公叔，魏惠王都要刻意朴实一次，弄得很不自在。这也是魏惠王很少到丞相府的原因。公叔痤一病经年，他只来探望了一次。 他宁可不断派内侍送来名贵药材和种种礼物，也不愿和老公叔直面叙谈。昨日在庞泽猎场听到老公叔病危的急报，他甚至有点隐隐约约的高兴和轻松。这种不合时宜的老臣子，罢官会招来国人非议；听任他掌权，又确实碍手碍脚。最好的结果是，他不要像常青果一样结在世上。 看来，老公叔终于是要让道了。魏国君臣新锐放开手脚的日子也就要到了。今日，魏惠王是特意换了一套半旧的官服，坐了一辆普通的摇车来的。唯一的特殊是，车中带了五千金，准备赐给公叔夫人后半生安度晚年。 同时，魏惠王已经决断，要隆重举行老公叔的葬礼，让天下都知道魏王敬老尊贤的美德。魏惠王走进寝室时，脸上溢满了沉重和哀伤。公叔痤在榻上欠身拱手：“魏王恕老臣重病在身，不能起身相迎。” 魏惠王疾步走到榻前，扶住公叔痤，关切又亲和：“老丞相不必多礼，病体要紧也。本王昨夜急急赶来，本当即刻前来，奈何国务繁荣，一时难了，来得迟了。”这时，侍女捧来一个绣墩，置于榻侧。魏王落座道：“老丞相一病经年，安心静养为是。” 魏国不能没有老丞相支撑也。公叔痤老眼中闪着泪光，哽咽道：“老臣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吉人自有天相，老丞相，但放宽心，本王派太医日夜守护老丞相。” 公叔痤摇摇头，喘息挣扎的坐起身子。臣以于熙等候我王归来，是想向我王推荐一个治国巨子，继我相位。此人乃扭转乾坤之大才，足以扫灭诸侯，一统天下，成就魏国大业。魏惠王认真的点头，急迫问道。 他是何人？可是大将之才，庞涓是该换换了。未央，木下就在我府。未央<羊>，魏惠王恍然，顿时显得轻松了许多。是否老丞相几次提起的那个未央？老丞相也，他才二十余岁。 你不觉得太稚嫩了吗？再说，他是何人学生，如何堪称扭转乾坤的大才？我王和他一论便知。看人何须一定看诗？名师出高徒也，他能无师自通。魏惠王大度的笑了笑。公叔痤艰难的拱手，老脸肃然。 且听老臣最后一言。老臣深知未央此人阴州血统，父州母商，天赋极高，跟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人修成惊天伟地之才。未央辅臣处理国政五年，诸多见解，使臣深为震惊。此人若不能为我王重用，将是魏国千古遗恨。 魏惠王很能体察这个年迈老臣的殷切絮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哉。但这种病话，他却不能当真。沉吟片刻，他站起身来扶住公叔痤，以关切的口吻道：“老丞相啊，你重病在身，安心歇息为上了。”公叔痤闭上眼睛。 苍老而痛苦的脸上涌出两行热泪。魏惠王心中有些不耐，不想再继续絮叨一个无名年轻人，拍拍公叔痤，依然是倍加关切的口吻：“老丞相，你以为庞涓和公子昂谁更适合做丞相？”公叔痤却没有接这个话题，眼神冰冷地说。 请我王如实相告，魏国真的不用未央吗？魏惠王无可奈何的笑笑，老丞相，将一个大国命运交给一个不明底细的年轻人，你就放心吗？公叔痤沉默了，长长的叹息一声，陡然两眼放光。我王不用此人，就必须。 杀了此人，为魏国长远大计，绝不能让他到别国去。魏惠王惊讶地看着公叔痤，觉得一个堂堂大魏国丞相，竟如此固执地纠缠在一个无名小辈的身上，一定是得了失心病。刹那之间，他有些可怜起这个发如霜雪、枯瘦如柴的老功臣来，觉得不能让他再失望了。 于是释然笑道：“好了好了，明天就杀他啊！”公叔痤无力的倚在榻垫上，老泪纵横，一句话也不愿意再说了。魏惠王默默的走出寝室，吩咐内侍抬来大铜箱，将五千金赐给公叔夫人，又说了一番关切的话，坐着轻便的摇车走了。 公叔痤艰难的摇摇手。未央，请他来，快！侍女闻言，飞快的去了。未央来到寝室，明显感到了公叔丞相的失望和伤心，但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站立着。公叔痤长长的叹息一声：“央啊，你快逃走！” 晚了就来不及了。未央却是淡淡的一笑：“为何逃走？逃到哪里去？”公叔痤脸泛红潮，一阵喘息：“央啊，为了国家大义，老夫尽最后力量推荐你担当大任。然则魏王不用你，老夫就劝了魏王，杀掉你。” 杀你、用你，都是为国尽责；劝你逃走，是了了师友情分。你快走，走吧。丞相，若为此因，不用逃。未央没有丝毫的惊讶，更没有立即要走的样子。你甘心死在魏国？ 老公叔大是惊诧。公叔丞相，魏王既不听你用我之言，又何能听你杀我之言？他不会将我放在心上的，老师莫忧心。未央淡淡的微笑着。公叔痤昏花的老眼死死盯住魏央，他显然感到出乎意料。 却又顿时觉得明白了其中道理。同是世里，自己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如何竟没有面前这个年轻世子见地透彻，大智天赋岂有他在？老公叔不禁长长的出了一口粗气。养，你的见识总是高人一筹，看不到。 看不到你建功立业了，你会到哪国去？你，你会让魏国灭亡的，是吗？他伸出枯瘦的双手，紧紧拉住未央，眼中一丝光焰渐渐熄灭，沟壑纵横的老脸渐渐舒展开来。 老公叔走了，心灰意冷的走了。未央默默站在榻前，冰冷的哀伤涌上心头，大滴眼泪滚到脸颊。他向公叔痤的遗体深深一躬：“公叔大人，感谢你知我至深，可你没有回天之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魏国滑向深谷。大人，你无愧于魏国，你安息也。这天夜里，公叔府行完葬礼前狱礼，挂起了白色灯笼，府中上下人等皆是麻布孝衣，大放悲声。消息传出，安邑城有人欢喜，有人忧。 宋香春论战堂挤得水泄不通，通宵达旦的辩驳诘问，却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魏惠王当夜赶赴公叔府，身穿白色孝衣，在公叔痤的灵位前放声大哭。魏王的祭奠惊动了安逸的权臣和官场，高车骏马一时间挤满丞相府门前的停车拴马场，高官重臣们一片白衣，一片痛哭。 但在洞香春论战堂，却有一个传闻：只有上将军庞涓没有去公叔府祭奠。消息引得列国客人和安邑世子们又是一番激烈争辩与诸办猜测。祭奠礼之后，公叔痤被隆重地安葬在安邑城南的灵山乌真峰下，孤峰为陵，南眺岩泽。 建造的与魏文侯陵园所差无几。魏惠王与公叔夫人商议，鉴于老丞相膝下无子，决定选派府中一个得力干员守陵三年。正在仔细挑选时，不想侍女来报说有人自请守陵。夫人一问，竟是中庶子魏鞅。魏惠王释然一笑。 老丞相好像说到过这个人，叫他去，也不枉老丞相赏识他一场。三。庞涓乔装考教中庶子未央。庞涓匆匆向王宫走来。此刻他是既高兴又烦恼，高兴的是公叔痤死得其时。 给他空出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位置。战国之世，上将军虽然也是位高权重、独立开府，但毕竟不能总揽国政，使他无法展现自己为政治国的出色才能，也无法使魏国在自己全面运筹下完成大业。若能做了魏国丞相，非但位极人臣。 达到明示为政的权力最高峰，而且出将入相，达到文治武功两方面的工业极致。但是，就在他雄心勃勃地拒绝参加祭奠公叔痤，以显示自己不与老朽同流的时候，他的军中长书却从洞香春带回一个传闻：魏王对丞相的人选未定，将在他与公子昂之间确定。 这使他大感意外，内心莫名其妙地忐忑不安起来。平日里，他不大瞧得起洞香春，认为那是浅薄世子附庸风雅的地方，多次拒绝了到洞香春论战天下大事和用兵之道的劝告。但是，他对洞香春的神秘传闻可是从来不敢小视，那个鬼地方。 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许多要害的转折都将洞香春的传闻变成了事实。庞涓曾经大义凛然地向魏王进言，请求取缔这个滋生事端的酒肆，认为那是魏国糜烂腐败的冤薮，是列国秘密刺探魏国机密的最好渠道。可魏惠王总是哈哈大笑。 上将军，洞香春大有根基，天下闻名。文侯、武侯都视为安逸文华之明珠，我辈如何取缔也？显然对他的主意感到匪夷所思，甚至有些不悦之色。这个讨厌的地方，如今传出了这样的消息，至少证实魏王向某个亲信透露过这个想法，宫廷之内已经有人知道了。一时间。 他感到很有些悲哀与愤愤然。公子昂何许人也？浮华纨绔的王室子弟一个，除了精于声色犬马，没有一样正经本领。如此之人也在丞相人选之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然则有何办法？他庞涓在魏国没有任何根基，平日里也不屑于和那些尸位素餐的王室人物交往。 唯一的根基就是他自己的实力、才具和已经建立的功劳。但是细细一想，本领、才具这种东西，凭他谋生那是绰绰有余；凭他建功立业，也可能大有可为。唯独要凭他在官场周旋，那可是最不可靠的东西。自古以来，才华之士比比埋没沉沦，谁来理论？ 尤其是魏国这种已经开始渗透腐败的国家，要靠才能、功劳获得更大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跌进深渊。一时间，庞涓对魏国几乎丧失了信心，对魏王似乎也一下子触摸到了平日没有察觉的东西，沮丧了很长时日。然而，能退却吗？显然不能。建功立业。 原本就是要百折不挠，何况还并没有丧失最后希望。经过几天的辗转反侧，庞涓想清楚了两点：一是今后要改变对官场交往的冷漠，结束自己鹤立鸡群般的孤立；二是要主动觐见魏王，探听魏王的真实想法，再做对策。今日清晨，他处理完军务，午间便向王室而来。 他知道早去也没用。魏王的晚起晚睡是有名的，没有哪个大臣清晨去王宫觐见的。本来这也是庞涓准备劝谏魏王改正的大事之一。经过几日思虑，庞涓不但决定放弃在这种事情上进言，而且决意学会迁就宫廷某些不成文的贵族准则。魏王城很大，大的占了安邑城的几乎四分之一。 比同时从晋国分出去的赵国、韩国的宫殿大过两三倍，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国的宫殿是三代国君扩建了三次。魏文侯分晋立国，成为诸侯后，将父亲魏桓子原有的简陋宫室大大扩展。魏武侯即位，国力增强，又将魏文侯时的宫室大大扩展了一番。魏惠王即位称王。 觉得原来的宫室和王浩不配，就在即位第二年大兴土木，在原有宫室外重新建了一大片金碧辉煌的王宫，三代宫室相连，层层叠叠，望之无边。庞涓的摇车辚辚驶进宽阔的白玉广场，在巍峨灿烂的正殿前没有停留，只使东侧火德门前停下，他跳下摇车。 第一次向护卫领军微笑拱手，慌得领军忙不迭躬身高报：“上将军入宫。”庞涓笑笑，大步走进火德门。经过巨大的影壁，第一进是环形排列的二十三座官署，每座官署六开间；第二进是魏王专门召集重臣议事的两座小型殿堂，东西各一。 第三进是魏王处理日常国务的书房、出令厅、长书厅等书要重地，这一进不能从中间穿过，而必须从东西两侧的拱门进入，再向后。第四进是一座精美的庭院园林，亭台楼榭，绿荫悠悠，池水粼粼。穿过园林，最后一进才是占地三百多亩的魏王后宫。 往昔，庞涓从来不到后宫觐见魏王，原因简单的会令安逸官场的任何一个小吏失效，那就是他对这些曲曲折折的穿廊过厅感到很不舒服。所以，他是魏国重臣中唯一没有来过后宫的。尽管如此，他凭着一流将领兵法战阵的直觉，一眼便明了了路径结构，轻车熟路般直入后宫。 后宫一大半是一片湖泊，魏王的寝宫在湖中半岛的树林中。初夏艳阳，绿树碧水映衬着金黄的屋顶，幽静的恍入梦境。庞涓走进林中小道时，一个侍女走来，恭敬的躬身道：“上将军，大王在寝宫。”庞涓略一点头，径自向寝宫而来。 这魏惠王在行止起居上颇为豁达，后宫从来不要护卫假士，而只要侍女，也没有大臣不许进入后宫的迂腐规矩。他经常将大臣召到后宫议事，而且命令侍女，凡大臣来见，不许阻拦，也无需通禀。在战国时代，魏惠王待臣下之宽是很有名的。尽管庞涓对魏王的痴迷已经有所预料。 但当他走进寝宫时，还是被深深震撼了。宽敞豪华的寝宫，格调奇特，华贵痴迷，具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最显眼的是一面巨大的铜镜，立在卧榻对面。卧榻区的一切活动都在镜中呈现出来。卧榻的左方，是一根酷似男根的挺拔闪亮的铜柱，显赫而孤立；右方。 是一个鸡肋女音的高高的卷边铜花盘，使人一望即生非分之想。四周各色幔帐长垂曳地，风吹沙动，扑朔迷离，使人飘忽神醉。透过飘忽朦胧的纱帐，庞涓看到半裸的胡姬正偎在魏王大腿根上。骤然之间，庞涓热血奔腾，举步维艰。 胡姬是魏惠王最为宠爱的妃子，也是以种种逸闻趣事闻名于魏国朝野的风流女人。她原本是魏文公时代名臣胡衍的后代。韩赵魏三家分晋时，胡氏早已经衰落了。魏文侯眼光非同寻常，将老晋国大部分名臣的后裔争夺到了魏国。五十年后，胡氏部族出了一个艳名四播的少女。 就是这个胡姬，当时还只是贵公子的魏惠王与亲信谋划良久，在胡氏部族所在的绛城东部的白马山子古河扎营狩猎一月，以他在猎奇猎艳方面特有的耐心与机敏，等待着机会。有一天，美艳的猎物终于出现在子古河畔的绿树野花中。 这时，一只山猪突然从嶙峋怪石后扑向美艳的猎物，又是突然之间，魏英匹马长剑冲到，奋力杀死了山猪，用带血的双臂抱起了昏迷的美艳女子。在山月高照的子谷河畔，美艳的猎物感激不尽的扑进了公子未央的怀中。黎明时分。 河谷中的帐篷和美艳的猎物一起神秘的消失了。三年之后，魏婴称王册封，人们才知道那美艳的胡氏少女竟然成了王妃。从此，她便成了安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色彩缤纷，荤素皆宜。坊间传闻说，她柔若治水，媚若野狐，娇若婴儿，妖若鬼魅。 魏王一天也离不开他。庞涓在庞泽猎场见过胡姬，不过他对女人从来很迟钝，看不出这个女人有何过人之处，甚至连她的样子也记不清楚了。目下正当午时，炎炎白昼，如何竟让他遇上了如此难堪？胡姬正蜷伏在魏惠王面前，柔媚的为魏惠王捏脚。 贱货伸出细长湿润的舌头舔吻他的脚趾，小嘴儿娇声叨叨，还国王也整天忙乱，多累呀、啊！魏惠王情不自禁，一把拉过胡姬，搂在怀中，抚摸胡姬脸颊，又从腰间摸出一颗随身夜明珠，在胡姬雪白的裸胸上滚抚。胡姬娇声腻语，尖声笑叫着钻进魏惠王怀中。 魏惠王不禁大乐起来。庞涓终于忍不住咳嗽了一声，刚咳嗽完，又大大后悔，这不是说自己看见了不堪吗？然也无法，不能再迟延了，一拱手，高声道：“上将军庞涓觐见我王。”魏惠王却浑然无觉，哈哈笑道：“上将军呐、啊！” 进来。庞涓大步走进，目不斜视，深深一躬：“臣有要事禀报我王。”魏惠王搂着胡姬没动，微笑问道：“庞卿有何大事？”庞涓一时沉默。魏惠王恍然大悟，笑着拍拍胡姬的屁股：“乖乖卧去吧，等会儿再射箭啊。” 胡姬嘤咛一声，狗一样爬到高大的玉石屏风后去了。庞涓心中一阵腻歪，瞬间忘记了来时的心思，不禁深深皱眉。魏惠王却是哈哈大笑道：“上将军呐、啊，今日你来我后宫，本王可是很感欣慰也。我也知道上将军乃鬼谷子之高徒，不喜奢华。” 然简朴也好，奢华也好，总当以时势定准。魏国若贫弱如秦国，本王也会苦行奋发。然则我魏国富庶强大，若一味拘泥苦行之道，岂非让列国小瞧？上将军，人生一世要建功立业，然也不能困守一里。魏国强大，我等君臣就要做一番大事。 为国富庶，我等君臣就要尽兴享受这富庶，否则岂非暴殄天,天物？譬如这狩猎、饮宴、把玩珠宝、高车骏马、锦衣玉食、湖光山色、宫殿广厦，哪一件不是人生之乐？更有这女人，乃上天赐给男子之尤物，不把玩更是虚度一生。 上将军看见我这胡姬了，柔媚驯顺,顺的，像一只母狗，跟她在一起可真是妙不可言，大事消愁解乏。庞庆，你日后再来，大可不必咳嗽紧张，就走进来看看她是何等卑贱，岂不好事？本王这后宫只许你和公子昂进出随意，可惜你不知道，也没来过。公子昂要是来了。 可是要躲在后面看个够，然后还要和本王品评一番也啊！哈哈哈哈哈哈！魏惠王侃侃开导，大笑不止，觉得这是改变庞涓的一个绝好机会。庞涓听得头皮发麻，喉头发干，身上直起鸡皮疙瘩。魏惠王这一番高谈阔论，当真令他匪夷所思。 他也知道，要和魏惠王融洽起来，目下正是最佳的时机。何况他几日思虑，为的本来就是达到这个目的。他应该笑，应该迎合，应该表示茅塞顿开，甚至应当欣然请胡姬出来品评一番，就是成为魏王不必任何嫌疑的玩伴与古宫大臣。如此，君臣一定会信任有加，其乐无穷。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才华实力，战胜公子昂，当是易如反掌。可就是不行，庞涓笑不出来，更迎合不出半句，反倒是脸色铁青，嘴角抽动，一副要呕吐出来的难堪和尴尬。刹那间，他一身冷汗，很后悔自己到后宫里来。然而，庞涓毕竟有刚毅的忍耐力，他咬紧牙关。 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拱手徐徐道：“魏王明鉴，臣久居山野，孤陋寡闻，如村夫一般。我王之高论，容臣假以时日，慢慢品味领悟。”魏惠王开心的大笑：“商将军，今日难为你了，说说何事？”庞涓拱手道：“魏王。” 臣昨日去探视了公叔夫人，一则抚慰老夫人，二则想听听老丞相可否有过对兵士的叮嘱。不想，老丞相竟对我只字皆无。魏惠王慨然一叹：“老丞相久病无治，去了也好。他弥留之时已经失心了，不会有如何话留下的。莫非？” 他对后任丞相、对国事都没有提及。魏惠王恍然想起似的，笑道：“庞卿，你可知丞相府那个中庶子名字？哦，对了，好像叫未央。”中庶子，臣如何能知道一个小吏？不知我王所问何意？魏惠王哈哈大笑。 上将军说：“老丞相是不是失心病发昏了？他派特使请本王从庞泽火急赶回安邑，竟然就是为了这个中庶子。人之将死，其言也昏矣。”庞涓一怔：“臣推测老丞相要我王重用这个中庶子。”魏惠王点头：“还真让你说对了。” 老丞相劝本王重用这个小吏，说让他做魏国丞相，还说不用他就要杀掉他。你说，堂堂大魏的国王丞相，折腾一个小小中庶子，岂不贻笑大方？庞涓正色道：“人才难得，我王当对老丞相之言三思而后行。”魏惠王豁达自信的笑道。 不用人才，大魏国能有今天吗？可人才，尤其是宰辅之才，就那么容易得到吗？那是可遇不可求也。魏王，臣请查核丞相府这个中庶子。庞涓一脸肃然。算了算了，一个中庶子，还用你上将军出面？大魏国要有点胸怀天下的气度，要走就走。 你要留他，反倒庶子成名也。臣请大王不要忘记孙膑逃齐的旧事，不能让齐治之士逃到他国，反为魏国树敌。庞涓颇有些固执。啊哈哈哈！魏惠王一阵大笑。好好好，上将军自便可也。臣谨遵王命。庞涓深深一躬，转身大步走了。 他觉得，在这样的后宫再谈国事，未免不伦不类，连自己都觉得滑稽。仔细思忖，庞涓总觉魏王不可能启用公子昂做丞相，但对他却也没有任何暗示。丞相人选究属何人？一下子总是想不清楚。庞涓对军旅之事极为自信。 但对宫廷官场的纵横捭阖，总是感到有些不得要领。譬如穆夏，他就难以决断自己该如何争取主动，甚至连窥探魏王心思的办法也没有。但他对平民世子在魏国的动向，历来却很敏锐。魏惠王不经意说到的中庶子，使他蓦然警觉起来。公叔痤的识人慧眼是天下闻名的。 只有老师鬼谷子笑他是识人有眼，用人无胆。魏王今日既没有透露丞相人选的蛛丝马迹，安知没受老公叔的影响？安知不用这个中庶子是魏王真心？庞涓蔑视贵族阶层，觉得在贵族如林的庙堂之上，自己有他们决然不能取代的位置和才华。纵然自己不能总揽国政。 可是贵族永远也无法淹没他，因为这是战国。离开他这样的名将，贵族们有可能自己也变成丧家之犬。但他永远不能蔑视那些像他一样锐意进取的风尘世子。这些人周游列国，以真才实学求官入仕，一旦掌权，往往便迅速崛起。 庞涓本能的觉得，只有这种人才是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真正不可小视的敌人。正因为很早就有这种自觉，庞涓才对和自己同来魏国的同门师弟孙膑用尽计谋，将孙膑逼到齐国去了。当然，庞涓绝不相信这个中庶子会有孙膑那样的旷世才华。 但这个钟庶子既然能被公叔痤作为丞相推荐，定然也非寻常之辈。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庞涓决意要亲自掂掂这个钟庶子的分量。次日清晨，一个三十来岁、普通吏员模样的中年人，骑着一匹黑马，来到安邑郊外的公叔痤陵园。刚进石牌坊。 有一排石屋，住着二十个看护陵园的部族，此时正在屋前铺爹作乐。看见黑马立园来到，小头目惊讶的直揉眼睛。他怎么看也觉得这个人像上将军庞涓，可又拿不准，也不敢问，凄凄哀哀道：“大，大人有何贵干？”来人冷冷道：“丞相府主书找中庶子未央。” 小头目急忙道：“就在灵前石屋里，小人领到。”来人挥挥手道：“不用，我自去便了。”说罢，走马踏踏而去。公叔痤陵墓是按照当时依山为陵的阴阳家理论修建的，一座苍翠的乌真峰做了天然的陵墓。乌真峰之后，是九座连绵起伏的小山，正是灵山石屋。 南望盐池，北依石屋，陵园恰在幽静的山谷。守陵的石屋正在陵前三丈开外，屋前是疏疏落落的高大石俑和一片松柏树林。钟庶子未央从相府里带来了整整一车有用之书，整日便在这里细细研读品味。今日，他正在重读李逵的法经。 读到酣处，不禁吟诵起来：“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亦劝。国当善敌跳，小鸡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鸡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鸡则发大熟之所敛而跳之，则虽遇饥紧水旱，敌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不足也。” 行之善者，国以富强也。慷慨之中，拍案四寸，竟是深为感慨。李逵号称以法为教，不想于商道治国也是如此精通。为国安得不富？安得不强？他日自己若在一国为政，李逵的法经当是不朽之事。正在深思遐想。 忽闻门外马蹄之声，便警觉地将法经卷起，插入木箱，摆上一卷阴阳家竹简课本，未及坐定，已闻轻轻拍门之声。客人吗？请进。未央淡淡的回答。吱呀一声，厚厚的木门被推开，一个红衣长须者抱拳一拱道：“敢问足下。” 可是中庶子未央，未央眼睛一亮，一下子就看出了来者是上将军庞涓。在丞相府的五年中，他很少露面。然庞涓每年总有几次是必须去丞相府调拨军粮、协调军务的。他虽只远远瞄过庞涓一次，然未央眼力极好，记忆力更是过目不忘，如何能将此等人物疏忽了？ 瞬息之间，他决意以静制动随，随机而变。随即笑答：“在下正是未央。”庞涓笑道：“在下上将军府长叔，素闻中庶子才名，今日路过，特来拜望。”长叔大人，请入座赐教。未央很是谦恭，庞涓哈哈大笑。 高才名士素不拘礼，钟庶子如何忒多俗气？未央脸上堆满惶恐的笑容。未央小吏何敢当高才名士？大人请。庞涓坦然坐在粗糙的书案前，瞥一眼展开的书简。钟庶子对阴阳家情有所好。回大人。 在下正在参详公叔丞相的陵园气象，未央毕恭毕敬。足下哪国人士？祖上官居何职啊？大人，未央乃魏国濮阳城外山里人士，祖上经商，从未做过官。何处修学？恩师何人也？大人。 在下濮阳修学，恩师是子思的高足子虔。未央露出满足的笑容。庞涓不禁爽朗大笑。子思乃孔子后裔，你是子思的徒孙，看来是儒家一派了。儒家素称博学，你读过哪些书啊？未央掰着手指认真道：“《论语》《大学》。” 《周礼》《周易》《尚书》《农经》《乐经》《诗经》，还有六艺，《史书》《礼乐射御》，大人儒家之学，未央尚算通达。庞涓不禁笑道：“未央，你很有学问也。我来问你，法家、兵家、墨家、道家的书读过吗？还有《鬼谷子》，听说过吗？” 未央蓦然摇头，又深深一躬。小吏才疏学浅，尚请大人栽培。未央，你读书如此之多，可给老丞相谋划过几件大事吗？回大人，未央曾向公叔丞相上书多次，皆言及魏国根本。哦，庞涓眼睛炯炯有神。 是何根本？大人，都是事关魏国文明昌盛之大计。在下以为，魏国当大办学宫，广召天下贤士，大兴私学，与我儒家祖师在鲁国一般。未央自请领一学馆，公叔丞相文治武功皆为第一，就是没有大兴文风之功业。为此，公叔丞相很是嘉许在下之谋划，屡次向魏王提及。 惜乎，魏王尚未采纳。未央不甚遗憾的叹息。庞涓大笑一阵，也许魏王会采纳，何计之有哉？未央却是叹息一声道：“唉，魏国不用我打击，我要走了。”庞涓觉得很开心，一个仅有几分精明、几分死学的儒家世子。 竟让老公叔如此推重，未免太可笑了。看来老公叔的确是老眼昏花、走水了。想想又转为真诚微笑。未央啊，我看你尚算读书有志，谦恭谨慎。我回安义，向上将军荐举你做个书房善写如何？老丞相过世了，你总得有个出路也。魏国如此富庶，何须奔走他乡？ 未央又是深深一躬，多谢大人提携栽培。庞涓起身离座，看着未央，不禁又一阵哈哈大笑。未央惶恐道：“大人笑从何来？小丽是否有不妥之处？”我笑世人有眼无珠，妙算歪打正着也。大笑间，出门上马。 扬长而去。未央，在松柏林中望着庞涓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突然间，放声大笑。四。安义王街的神秘商人。安义有一条街，很是特别，处在王城的最后面。说它是条街。 又在王城的老红墙之内，说他是王宫，却是车马如流而没有任何护卫甲士，这便是安义城最特殊的王城街，也就是魏文侯最早建造的宫殿区域。魏武侯时，这片老宫殿区还用作国府各种官署。魏惠王的新王宫落成后，官署迁走，这两层旧宫殿便闲置起来，后来。 在主管王室事务的官载谋划下，魏惠王将这片最老的宫室区域分赐给了王族大臣和王族近支的后裔，这里便成了王族贵胄们居中居住的地方。经过一番合乎时宜的改造，几年之间，这里便成为了锦绣豪阔的一条长街，安邑人称为“王街”。这条街的最特别处是高车驷马。 川流不息，鲜有车马冷落的时日。且不说王族贵胄们多有车辆，便是天下诸侯特使和魏国官员们到这里来拜访的车辆，就已经是往来如梭了。如果说洞香春所在的天街是魏国的文华之地，那么这条王街，便是魏国的阴谋冤薮。魏国虽然经过了大变法。 但在王族权力上却没有任何触动，依旧和老晋国时代没有多大差别，和同时代的其他战国与中小诸侯更没有什么差别。这些王族贵胄表面上很少出任国家重臣，更没有显赫的功业可言，但他们的权力伸展却大得惊人。一则他们依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世袭封地。 虽然这种封地只能收缴赋税而不能治民建军，但毕竟使他们有了雄厚稳定的财富基础。二则，他们在宫廷盘根错节，渗透力极强，对国君的牵制和影响很大。三则，他们有高贵的身份，却没有实际执掌的官属权力，好像一个清流阶层，这使他们伸缩自如。 既能对任何掌权做事的重臣寻衅发动攻击又绝不会因为没有权力而受到轻视或罢官处职，更不会有问斩杀头的威胁。对这样一个王族阶层，任何官员都必须将他划进自己所必须计较的势力结构。同样，任何外国特使、密使想要达到比较艰难的目标，也必须到这里投送财富。 寻求变化，魏国是最强大的战国，其内政外交的些微变化都会波及列国，所以这条王街事实上是天下闻名的阴谋交易之地。目下，一辆六尺车盖的华贵摇车，正挤在车流中向王街深处而来。夜幕已经降临，王街虽然没有商家店铺。 街边风灯却是二十步一盏，照得川流车马一片灿烂。随着华车一辆辆流进两边府邸，王街渐渐到了尽头，车流也渐渐疏落下来，最后便只有这辆六尺车盖的摇车了。王街最深处住着公子魏昂，确切说应该是王子魏昂。 战国时，只有对诸侯国国君的子弟，也就是公或侯的子弟，才能称公子。大约秦汉之后，公子才与其实际身份脱离，化作了一种普遍的尊称。公子昂是魏武侯的庶出子，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就线下官职说，公子昂是白身；然而就实际影响力说，那可是一言九鼎。 凡魏国官吏名士，都对公子昂的权力地位非常清楚，对他的为人做派更是心中有数。六尺车盖的华丽摇车在大门前刚一停稳，便有一个白发红衣的老者碎步走来迎接。这是府中总管，魏国人称为家老。老人笑意殷殷，拱手道：“敢问先生，可是？” 薛国贵客。华车的主人已经下车，是一位面色黧黑、气度高贵的年轻人，身后跟着的一个仆人却是面白如玉、俊秀英武。客人向总管老人拱手道：“家老安好，在下正是薛国一员。”家老道：“公子已在府中等候多时。” 先生，请。一元从容笑道：“家老，我一氏老族有个讲究，首次遇家老，必得送一份薄礼，叫一路通吉，不成敬意，请家老笑纳。”说话间，身后俊仆已将一个精致的小木匣捧到家老面前。家老一看木匣四边包铜，便知里面绝然是名贵珠宝。 惊喜的深深一躬，先生大富大贵，小老儿三生有幸也。抱着木匣，忙不迭道：“先生请。”一元笑道：“在下有件小事相烦，不知家老肯赏方便否？”先生有事但讲，小老儿在公子府尚算通达。在下有一爱妾。 心慕公子夫人已久，托在下为夫人带来一件礼物。因在下行色匆匆，未必有幸一睹夫人风采。相烦家老待在下转呈夫人，在下他日再专程携小妾拜见夫人，不知可否？一席话温文尔雅，给人好事却像求人一般，叫人好生受用。家老脸泛红光。 鲍霞拱手道：“能代先生为夫人效劳，小老儿深为荣幸。”一员从俊普手中接过一个在风灯下发着悠悠绿光的玉匣，双手捧起。贾老，这是西域雪山之国的一件貂裘，消融大雪于三尺之外。匣内尚有小妾一剪，请转呈夫人。 家老毕恭毕敬道：“先生，真乃大雅之士，小老儿即刻去见夫人。”又回声高声道：“点门何在？”一个将领模样的守门将官跑步而来。家老肃然吩咐：“领先生去见公子，对公子说，夫人唤我有事，即刻到来。”点门将官一声答应，谦恭的领着主仆二人。 向正厅而来。公子昂正在厅中欣赏一口名剑，在剑架上看，这把剑的剑鞘铜锈斑斑，剑身长二尺许，显然是一口名贵宝剑。凡在厅中等候贵客时，公子昂都在赏完这口名剑。在他看来，府中所有珍宝的价值都不如这一口名剑。 战国兵争之期，拥有一口名剑，非但使身价地位倍增，且其实用价值更是异乎寻常。目下他之所以在这里耐心等候，是因为叔父公子良向他竭力推荐一个薛国巨商，说这位商人如何有古人之风，如何有名士情怀，如何拥有天下罕见的珍宝，且性格又如何豪侠。 说这位商人就住洞香春，最有名的雅士，已经成为名士官员们争相结识的人物，等等一大串。公子昂本来生性好奇，听叔父公子良如此一番绘声绘色的介绍，不禁想见见这个神秘的大商人。公子良慨然为他相约，说定今晚来访。如何掌灯已有三刻，客人还未到来？当然。 最大的可能是王杰塞车，否则见他公子昂的客人是不敢在酉时守客之后到来的。说起来，王杰这车流真是叫人无可奈何。看来还得和魏王提说一番，最好是将老红墙拆掉，将王杰再加宽三丈，否则还真不方便。这时，点门将官走了进来。 禀报公子，薛国先生移园道。家老何在？公子昂隐隐不悦。禀公子，夫人唤家老有事，家老特命末将先行引领先生，说他片刻即来。公子昂本想到厅门迎接，想想未动，挥挥手道：“去请先生进来。”点门出的正厅。 恭恭敬敬的将客人领入，悄悄退了出去。在下薛国一员，久闻公子贤明高义，特来拜望。公子昂眼前一亮，面前这个黎黑的年轻人，一领大红金丝斗篷，一顶六寸高的墨玉冠，英挺威武，气度不凡，就连他身后的仆人也是风神俊朗，明目流盼。 公子昂不禁暗暗称奇，商道中竟有如此人物。心思转动间，拱手笑道：“昂不敢当先生高辞，先生请入座续谈。”这时，家老轻步进入正厅，公子昂当即吩咐：“给先生上茶。”怡园在西侧的客位坐定，俊仆肃,肃然立在身后，家老捧来茶器。 俯身操作时，向客人递过去一个兴奋的眼神。华贵的客人会意地笑了笑。公子昂在主位坐定，举起茶盏道：“先生请。”一员恭敬地举起茶盏。无茶名贵，多谢公子。微呷一口，品味的很是雅致。先生识得无茶名贵。 也算经多见广也。公子昂没有忘记对方只是个商人，很是矜持。哦、在下别无所长，唯对天下器物略知一二，公子见笑了。哦，公子昂微笑道：“听安逸传闻，严先生为商道奇人，多有才具。我有一口古剑，安逸无人识得。先生若能论定。” 也算得名气方家了，家老，拿古剑过来。一元摆摆手道：“不用，赏剑在架，方显其神韵也。”说话间起身离座，走到剑前，端详沉吟，有请，笑道：“公子这口古剑，当真天下名器，价值不菲。” 但凡品评剑器，通常总是持剑在手，先看剑鞘形制，再拔剑出鞘观察剑身。偏这位贵公子般的商人，却只是站在剑架前端详，丝毫没有取剑在手的意思。公子昂心中颇为不悦，觉得这个商人未免托大，走过来淡淡笑道：“先生好眼力，相剑。” 堪比薛烛了。薛烛是春秋末期越国闻名的相剑大师。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后，寻觅搜求天下名剑十二口，请来薛烛评定真伪等次。十二名剑并列于大厅剑架，薛烛一路走过，便指出其中五口是后来铸剑师仿制。经越国铸剑师开建工艺。 证实薛竹所言无差，一时间，薛竹相剑名闻天下，成为剑气神相。公子昂这样比，显然是在嘲讽这位商人班门弄斧。一元却似浑然不觉，再度端详，还是没有动一动剑身。宁思有请道：“此剑当是工部古剑。” 剑身之曲纹，有如大河奔涌，连绵不绝。剑身当长两尺二三寸，连带剑隔长约三尺。哦，先生如何得知此剑纹状？公子昂大是惊讶。公子，在下祖上极喜收藏古剑名器与兵器图谱。 实乃在下从书中学来也。就实说，在下还未见过这工部剑。一员谦逊豁达的笑答。公子安开始对这个商人刮目相看了，一拱手作礼道：“以先生眼光，这口古剑在当世名器中价值若何？”弓步剑自然是名剑极品，寻常人看来，自当是。 价值连城了。先生以为如何？尚非天品神品，只能屈居第三等。如何？第三等？公子昂又一次感受到了无可名状的惊讶，摇头大笑道：“先生何其大言也！请问天下何见堪称一二等？”华贵的商人并未局促。 不卑不亢道：“神品者，非干将莫邪雌雄剑莫属。”公子昂无奈的点点头。这干将莫邪一对雌雄剑，可是几百年来当世公认的神剑，品格自然比工部剑高了一等。他不禁问道：“难道还有比干将莫邪更为名贵的剑气吗？”堪称剑气天品者。 当非天月剑莫属。天月剑，公子昂轻轻冷笑着。未尝闻也，却不知何人何时铸造。天月剑，蚩尤所铸。华贵商人庄重的回答：“你，可是说的与皇帝大战的蚩尤？” 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蚩尤，公子昂不禁哈哈大笑。尔等商人专一的子虚乌有，蚩尤，蚩尤铸剑那是坊间传闻，明白吗？你还可说天地之剑，真是！刹那之间，公子昂对华贵商人的敬意全消，现出了王族子孙蔑视一切的傲气。客人。 却平静的一如止水，淡淡的微笑道：“在下对公子，久有敬仰之心，无以为敬，特将先祖收藏的蚩尤天月剑，敬赠公子。”且慢，且慢，你，你有蚩尤剑？ 公子昂收敛笑容，露出冷冰冰的神色。他觉得荒诞的可笑。他素来自视为天下剑气收藏的名家，最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公然卖弄玄虚。一个商人，纵然有钱，纵然是剑气收藏世家，也不至于如此神奇，竟然搞出一口蚩尤剑来，简直匪夷所思。他目光一扫门口。 忍不住就要下逐客令了。小家老，打开天月剑，请公子品评。客人依然淡淡的微笑着。公子昂一怔，终于没有开口。他要看看这个名动安逸的豪客，究竟要拿一件何等物事来搪塞他。目不转睛的看去。 那个风神俊朗的仆人手里捧着的，原来是一只形状怪异的竹杖。此刻，这个俊仆闻声将竹杖两端一扯，“哒的一声，赫然现出一只黑沉沉的弯月形物事，双手捧到公子昂面前。出于习惯，公子昂单手一托，只觉沉甸甸、凉冰冰，大事异常。 莫名其妙的，他心中随着这冰凉的感觉，便是一阵不由自主的震颤，连忙双手托住，发现这黑沉沉物件通体一根，恍若天生一段生铁。细看之下，竟大失困惑。通常，纵然是名贵剑器，剑鞘、剑身之分也是决然鲜明的，剑鞘以木质居多。 讲究者无非是包裹一层皮革，镶嵌几颗珍珠，但皮下终究需以木壳撑持，方有可容剑身的空隙。正因为如此，任何剑气一上手，剑鞘、剑身的形制就会清晰的感觉出来。但眼前这个沉甸甸、凉冰冰的物件，木下公子昂还不能认为它是一口剑，却大是怪异。 寻常剑鞘的外形总是或多或少的对剑身有些许装饰作用，譬如剑鞘顶端有可能是方形的，但剑尖却一定不会是方形。这物件既称之为剑，搭手一托却丝毫没有剑鞘的感觉，简直就是一根冰冷的铁物包裹了一层皮革，将那物件的怪异弧形逼真的显露出来。看这皮革。 质地细密，黑得发亮，却看不出是何种皮质。厚重一端当是剑格、护手与剑柄，这是剑形之常理。但这物件却是怪异，通体几乎没有差别，三尺之外难以看出剑柄、剑身之分，上手之间才会感觉到弧形稍小的一端有一段寸余宽的浑圆凸起。 之后便是一段圆柱，这便是剑柄吗？几乎与剑身通体生成一根黑沉沉物件，令人感到怪异之中有一种威猛与神秘。纵使公子昂见多识广，也对这冰冷物件不敢轻易开口。沉默一阵，心中还是难以相信，不由将剑捧起道。 先生说是蚩尤剑，如何证实？一元笑道：“这口工部剑，公子可曾实地用过？试过多次，削铁如泥，锋利无匹。”一元沉吟道：“只是有些可惜。”公子昂恍然笑道：“先生是说？” 与我的弓步剑一试。弓步剑天下极品，若有损伤，只怕暴殄天物。公子昂傲然大笑：“若真是蚩尤剑出世，弓步剑何足道哉？”将黑沉沉物件递给一元，便对着剑架深深一弓，上前双手捧下弓步剑。 恭敬不如从命了。一元双臂架剑，拱手道：“公子，请开弓步剑。”公子昂缓缓抽出弓步古剑，但闻隐隐震音，一股清冷的悠悠光芒在灯下弥漫开来。一元却是将天月剑置于长案之上，深深三弓。 而后，右手持剑，左手一抹，悠然扯去了黑沉沉的剑鞘。明亮的灯光之下，但见这物事似灰似黑，长约三尺有余，形似新月，完全没有弓步剑出鞘时的龙吟之声、青芒之势，端的是淡淡漠漠。但令人惊异的是。 就在蚩尤剑出鞘的刹那间，弓步剑竟光芒尽敛，变得与刚刚出土一般。公子昂揉揉眼睛，细看剑身，大是奇怪，如何一点刺眼的寒意都没有？寻常弓步剑出鞘，眼睛是根本无法直视的，今日却大为怪异。陈吟有请，他伸出剑锋，来。 一试便知。一元肃然将天月剑缓缓搭在弓步剑上，两剑一搭，天月剑便发出一阵长长的清亮震音，宛若两军阵前的萧萧马鸣。剑身抖放光华，如长空一道闪电掠过，大厅中明亮的烛光顿时幽暗下来。 弓步剑却是瑟瑟发抖一般，一阵金铁之声。公子昂强自镇静，来，还是剑锋相抵为好。在他的记忆中，这弓步剑无坚不摧，斩金断玉比砍瓜切菜还来得容易。伊元笑着点点头道：“在下举剑不动，公子可任意砍来。” 公子昂缓缓举剑，突然发力，向天月剑剑锋猛然挥去。未闻金铁交锋之声，只觉手中一轻，弓步剑已经无声无息地断为两截，断金触地，噗的一声没入白玉大砖之中。名震天下的弓步剑，刹那之间变成了一段剑根。 公子昂大惊失色，怔怔的看着手中剑根发呆。工部剑不锋利吗？那半截断剑尚能没入玉砖之中，可知锋锐依然。终于，他深深一躬道：“如此天兵神器，昂何敢受之？”客人已经将天月剑套上黑鞘。 伸手扶住公子昂，肃然妆容道：“方今刀兵岁月，此天兵神器藏于家库，何如出世效力？久闻公子高义，力促魏王罢兵西战，天兵神器赠与公子，愿公子建功立业，青史不朽。”说完，恭敬的双手捧上天月剑。 公子昂惊喜至极，慌忙接过黑沉沉天月剑，再度躬身一礼。先生如此大德，昂何以报答？转身高声吩咐：“家老上酒，我要与先生痛饮一番。”家老一直侍立在厅中，闻言比主人还要兴奋，高声应命，急急而去。 宾主小宴，公子昂频频劝酒，自己也饮得面色涨红。他一再询问客人可有何事让他效力以报，客人则屡屡大笑说没有，有事时一定会来相求公子。公子昂沉吟思忖，突然问道：“先生是薛国人？”客人答曰：“正是。”公子昂大笑。 好，无功不受禄，未昂保先生之国十年内安然无恙。谁知客人却无所谓的笑笑，公子，在下虽是薛国人，却是少小离家，奔走天下，在各国经商，近来财货之利则重在秦国。哎呀，先生如何偏偏到秦国经商？ 那里可是威邦也？如何？秦国威邦吗？客人大为惊讶，不禁诉说起来。公子有所不知，富商住穷邦，这是家父的经商秘诀。秦国穷弱，更需商贾，更易谋利。十年来，在下从秦国谋利多矣。如何，公子却说秦国是威邦？ 先生何其糊涂！目下六大国就要起兵灭秦了。公子昂一脸关切的告诫客人：“六国灭秦，那该当如何？”客人惊得冒出汗来，起身一躬：“敢请公子教我。”公子昂沉吟半晌，道：“先生从秦国脱身。” 须得几多时日？客人思忖：脱身过急，秦人必会大起疑心，杀人夺财；走得太慢，毁于刀兵。这却如何是好？想想又道：“哎，此话休要再提，在下不能为公子分忧，何能再添烦心事体？” 还是容我再想想出路。公子昂笑道：“除了我，谁能在如此大事上找到出路？休得谦让了，还是我来设法。”略一沉吟，断然道：“这样，我先打你。两个月内秦国无事，若还不够，我再设法。”客人爽朗笑道。 些许财货之力，竟让公子为难了。然则，公子若能保全在下财货之力，在下终生所获，均与公子共享。然则何以为报？公子若能将魏国对诸侯的兵器交易交在下来做，就福祸与共了，谈何报答？公子安哈哈大笑。 先生可人，快人快语，却不失商家本色。日后有事，我派家老约你。先生有事，就派这位小家老来我府，如何？两人一起放声大笑，再度痛饮，直至子时方散。公子昂要留客，客人坚持不给公子添麻烦。公子昂要送客人出门，客人笑道。 公子待客常规，人人皆知，从不送客。破例送一个商客，坊间传闻对你我不利也。公子昂恍然，连赞先生高明，便就此止步了。家老引领客人出门，来到树荫处，低声道：“先生稍待，夫人有几句话。”说完咳嗽一声，树荫中。 转出一个纱裙拖地的高挑妇人，华贵客人忙深深一躬道：“学国医员，参见夫人。”妇人微微一礼，笑道：“多承先生与爱妾美意，先生爱妾所言之事，我当尽力为之。若有佳音，家老会即刻报与先生。” 说完，又是微微一礼，飘然而去了。华贵客人望着夫人背影，深深一躬。家老低声道：“先生放心，公子夫人是老晋国西客元帅的玄孙女，比公子的神通还广大。夫人从来不见客，先生真是天命才星也。” 多谢家老关照，医员告辞了。说完，客人与俊仆登车而去。连连摇车行驶在昏黄幽暗的王街，驾车的俊仆猛然抽泣起来。华贵主人低声严厉地斥责：“何等地方，不许哭！”俊仆的抽泣声戛然而止。 打马一边，驾车四马展蹄飞起，摇车隆隆驶出王街。五，奇人名士洞香春波鬼云谲。公叔痤陵园里，潜心读书的未央忽然间感到了烦乱。庞涓走后，未央暗,暗暗思忖了一整日，判定庞涓不会再打自己的主意。 纵然打主意，也绝不会将自己当做对手陷害。然则以后如何？守灵之后该去何处？数遍天下战国，竟是无一满意处。最后想到了齐国，尚算差强人意。然而对齐国近年来的情势，却是不甚了了。反复思虑，未央觉得自己应当回安邑一趟，尤其应当到洞香春去走走听听。 那里是天下传闻聚会处，对想得到任何一种消息的人来说，那里都是好去处。想定主意，便对守灵总管说：“要回丞相府拉一车书来。”总管自是欣然应允。未央便骑了一匹闲置的白马，向安义城从容而来。回到丞相府，未央先见过了老夫人，禀报了陵园安然无事的诸般消息。 又说了一车书的请求，老夫人抹着眼泪连连点头，叮嘱他在府中多住几日，莫要急着回陵园去受苦。从夫人房中出来，回到自己的小院，未央脱去守灵校服，换上一身丽园世子通常穿的长布衫，出门对家老说自己去拜望一个友人，家老要派一辆官车相送，未央婉言谢绝了。 出的丞相府，未央信步向天街而来。洞香春依旧是灯火通明，门外车马场，华车云集，一派富贵兴旺气象。洞香春的特别之一，便是大门前的两名侍者，永远都是白发苍苍而又矍铄健忘的老人，给人一种高贵府邸的感觉。白发侍者看见未央，虽然安步当车而来。 却显然是个气度高华的世子，谦恭的点头笑迎，问要不要灵隐。未央微笑摇头，径自进入庭院。洞香春的布局，中央一座三层主楼，后面的园林中则隐藏着几十栋精致至极的庭院雅室。主楼是聚酒清谈、饮茶交友、传闻论战的场所，也是洞香春的轴心。 庭院雅室，则是达官贵人和学问巨子、外国大商常住或隐秘聚谈的地方。寻常时日似乎冷冷清清的，然而恰恰这里才是洞香春真正的生财之地。对未央来说，庭院雅室没有多大意义，和绝大部分来洞香春者一样，他是冲着主楼而来的。 当他踩着同胞楼梯上柔软浸润的红色地毡，从容走上二楼时，一名俏丽的侍女飘了过来，轻柔问道：“先生要茶坐还是酒坐？”未央淡淡回答：“酒坐。”侍女便将他领到临窗的一张玉案前，轻扶着他在厚软的坐垫上坐好，而后跪行案前，轻柔问道：“先生。” 是独酌还是相邀共饮？未央道：“独酌消闲耳。”侍女莞儿一笑道：“先生真雅致之士也，敢问喜欢何酒？”未央淡然道：“照酒一桶，好肉一顶，足矣。”侍女道：“请先生稍待。”便飘然而去了。 未央打量一番这间宽敞明亮而又华贵高雅的大厅，厅中百余张长案疏密有致地错落着，非但不显拥挤，反而使每张长案都显得是好位置。除非慷慨激昂地说话，否则邻座间绝不相互影响。未央不禁暗暗赞叹洞香春主人的运筹才华，悠然想到此人若治国理民。 定然会使国家井然有序。正思谋间，那名侍女右手高高托着一个铜盘，左手抱着一个考究的小木桶飘了过来。侍女膝行地毡，将铜盘安置在玉案正中，将木桶固定在未央左手一个三寸余高的铜座上，然后用一只发亮的铜钥匙塞进桶盖的一个小方孔。 只听一声清脆的铜震，桶盖开启，刹那间便酒香四溢。未央虽然没有来过洞香春，但也知道洞香春移花接木的高妙手段天下第一。譬如这赵酒，酒质享誉天下，外卖却都是粗朴的陶罐封存庄园，道边茅屋张一面幌旗。 这陶罐泥封便显得天成邪趣，然则在这金玉满堂之所，便显得太过村气了些。董香春别出心裁，对买回的赵酒重新整治，精工制作了一种青铜包边、铜体雕刻、桶盖设置机关的三金木桶来装这赵酒，桶身镶嵌了“赵酒”两个铜字。粗朴的赵酒经此一装。 倍显华贵，顿时成了名贵的酒中极品，价格自然也就高的惊人了。虽则如此，还是有许多丽园世子、外国使节，甚至赵国商人，仅仅是为了带回一个酒桶装自家的赵酒而欣然来洞香春饮酒的。俏丽的侍女用细长弯曲的木勺，从木桶中舀出酒来。 如一丝银线般注入玉珏，又轻巧地打开顶盖，将红亮的方肉盛进一个玉盘中，柔声问道：“先生，这肉割得可算正吗？”未央笑道：“割不正不食，那是孔丘一套。肉之根本在质厚味美，何在乎方方正正的架势？”侍女嫣然一笑。 先生何以钟爱赵酒？未央抚决道：“赵酒以寒山寒泉酿制，酒中有肃杀凛冽之气。”说完淡淡一笑，仿佛觉得不屑一语,语。侍女道：“先生，酒之肃杀凛冽，赵不如烟。”未央惊讶大笑：“你也会品酒？” 侍女微笑着摇摇头，未央旁若无人的大饮一绝慨然道：“烟酒虽寒，却是孤寒萧瑟，酒力单薄，全无冲力，饮之无神。照酒之寒，却是寒中蕴热，激人热血。知酒者，当是几人也？”一时不由自主的抚觉叹息。侍女再行斟酒。 作礼笑道：“先生慢用了。”便飘然离去。敢问公子，可是宋国人？邻座一位白发老人注目遥问。未央回头拱手淡然道：“不，魏国人。”公子不喜欢宋国人？白发老人问。未央揶揄的反问。 莫非老先生喜欢送人？白发老人咀嚼。年轻人，我饮的正是宋酒，有何高见？未央淡淡一笑。宋酒淡酸淡甜，绵软无神，与送人如出一辙，不饮也罢。老人爽朗大笑。 宋人为殷商后裔，深谙美食佳酿之道，所酿之酒香气醇和，普天之下无可与之比拟。以人而论，宋人不务虚名，崇尚实力，素有商战遗风。公子如此蔑视宋人宋酒，不觉持论偏颇吗？未央大饮一绝，依旧是冷漠忧郁的神色。 宋酒之淡醇与宋人之锱铢必较，是成大落差。美食佳酿若非显示人之本色，皆为生僻怪异也。譬如生性好斗却不食辛辣，而是好甜品，岂非生性怪异？前辈以为如何？此言尚算有理。然则宋人如何？ 足下不以为商战遗风将使宋人如龙归大海一般吗？未央冷冷一笑：“前辈明鉴，方今大争之事，远非宋人先祖忍熟的温平时事，精于商道而疏于答辩，非但不会龙归大海，反之可能倾国覆灭。前辈且拭目以待，宋国亡国之日近在咫尺也。” 老人抚须微笑。宋国可以寿终正寝，宋人却未必。放眼三千年，国人风华何曾与国运盛衰等同？宋人英华聪慧，不等同于宋国称雄天下；魏国人才荟萃，亦不等于魏国终成大业。几多时日，恰恰相反。 诚如魏国有公子这般英杰之士，不也是奄奄将亡之国吗？根由何在？足下深思可也。未央默然沉思，有请。大觉老人话语中隐含着无限深意，不觉离席向前，肃然拱手道：“敢问前辈，高明上姓？”白发老人笑道。 人生相逢何必相识？足下可愿一尊共席？未央在老人案前坐好，恭敬的拱手作礼。前辈洞察深远，以为当今天下何处可去？此时，俏丽侍女已经轻盈走来，将未央的酒肉移到老人案上，又轻盈而去。白发老人说。 若求醇厚凛冽，天下唯一处可去也。请前辈明示。效法老子，西行一游。未央略一思忖，用玉柱在长案上画了一个“秦”字，目视老人。老人点头微笑。未央沉吟道：“西方之国。” 中气虚弱，内外交困，谈何醇厚凛冽？不若魏国，若有道之人在位，十年内即可大成。老人依旧微笑。天下大才八九在位，然魏国何曾用过一人？未央沉默，不由深重的叹息一声。老人淡淡缓缓道。 天道悠悠，事各有本。大才在位，弱可变强；庸才在位，强可变弱。春秋五霸，疏忽沉沦。由此观之，岂可以一时强弱论最终归宿？未央眼睛一亮，问道：“前辈以为齐国气象如何？” 老夫刚刚从齐国云游而来，齐国新晋称王，国王田因齐志向远大，筑起学宫，广招贤才，气象颇佳。然则，齐国旧根基素未触动，齐王号令步履维艰。老夫曾与齐王有一面之物，观齐王之相，一方称霸可以不足王天下。 然则总比秦国有底气也。老人微微摇头，未必如此。且不说秦为久战之国，亡秦难于登天；单以秦国新军论，既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气概。岳阳城新晋传闻，秦国新军赢渠梁在正事堂立了一座国耻刻石。 自断左手两指，以鲜血涂写“国耻”二字。此君削衣干食，勤政爱民，又兼刚毅果决，成为战国以来闻所未闻之国君。老夫观之，只怕秦国崛起就在今世。未央听得怦然心动，正想发问，却闻邻桌议论喧哗之声大起。 一个蓝山诗人高声道：“知道吗？魏王与齐王比国宝，魏王说国宝是夜明珠，齐王说国宝是人才。”一紫衣见事，接道：“夜明珠是国宝，魏国可就完了。”另一竹官人士道：“我要到齐国去，齐国办了个稷下学宫，每个士子一所三进宅院，孟夫子都要去了。” 那个剑士却高声道：“要去还是秦国？老子都曾在秦国讲学布道也。”又一个诗人慷慨道：“六国分秦，你等不知道吗？秦国就要完了。那个秦国新君登位，竟然不准国人庆贺，不准相宴。你说，哪个国君登位不大贺三月？不准庆贺，分明是无礼蛮夷之邦。” 有人呼应道：“对，不克己不复礼，亡国征兆。”另有世子愤愤喊道：“克己复礼有何用？秦国不务农时，反倒蛮夷了。你们儒生偏会不着边际，一个穷国，老百姓吃西北风香艳呢。又有人高声嘲笑：“难怪孔夫子周游列国，没人敢用。” 你等就讲这种不吃饭的理呀、啊？众人轰然大笑，白发老人与未央却都沉默着。这时，一个红衣诗人走近，在侍女引领下坐于未央邻座。酒肉上岸后，红衣人自顾饮酒，偶尔看看邻座的未央和老人。未央没有在意此人，向老人拱手问。 敢问前辈治哪家之学？老人笑道：“生性散淡，驳杂无常，谈何治学？不若公子专精医学，躬行实践。”未央笑笑问道：“既是杂家，前辈对天下诸家有何褒贬？”老人朗朗笑道：“诸子百家无根不生，适者生存，何须褒贬？”未央笑道。 前辈高解，却未免过分出世也。红衣士人一直注意二人对话，此刻转过身来向未央一拱手，笑问：“先生对前辈所答似嫌不足，敢问先生对天下诸家有何褒贬？”未央心中原本郁闷，加之酒力冲击，脸泛红潮，一时颇为兴奋，见红衣士人有意论战。 直抒胸臆道：“诸子百家，务虚论理者多，经世致用者少；怀古念旧者多，推动时事者少；纠缠细目者多，紧扣大要者少。先生以为如何？”妙！红衣人击掌笑道：“三多三少，看来先生推崇创新，注重致用了。” 但不知先生对天下大事可有高论？未央大饮一绝一泻胸中快垒道。方今天下，战国争雄，诸侯图存，是为大事。争雄者急功近利，唯重兵争，却不思根本之争。是故争而难雄，雄而难霸，霸而难亡，终未有大成之国也。三十余中小诸侯。 或以守城图存，或以依附图存，或以斡旋图存。若郑庄公以小国求变图存而成小霸者，竟无一国。由此观之，中小诸侯难逃厄运，争雄之大国难有所成。先生以为如何？一番慷慨，引来厅中聚酒者引颈相望。纷争之时。 时事潮流的变化与每个人的归宿息息相关，人们自然是倍加关心。但有议论，便想听个究竟。此刻见这个布衣世子出与不同凡响，世子、商贾、丽园人等便纷纷聚拢而来，自然形成了一个大圈。冻香春侍女对此等情景习以为常，从容地将每个客人的酒案旧事转移。 片刻间便形成了一个众人聚酒论战的氛围，转移之间有人鼓掌赞叹：“好，口词简约，一理皆通，却为高论。”且慢，先生说：“争雄之大国难有所成，岂非一言骂倒天下？我看楚国就能达成。”未央见有人发难，雄心抖起，拍案笑道。 这位先生未免太过一厢情愿也。楚国虽地广人众，但变法却是浅尝辄止，依然被世族封地分割得零零碎碎，法令不能一统，国力不能凝聚。时至今日，连一个奄奄一息的越国都奈何不得，谈何大成？谈何争雄？众人一片哄笑，显然是应和未央，嘲笑那个庸楚世子。此时。 那个红衣人却向众人抱拳拱手，高声道：“诸位且慢，容我问完先生。”转回身道：“六国分秦，势在紧急，何以时近一月，两边皆无声息？这是刚刚传开的消息，又是实实在在的眼前大事，自然是人人关心，人人都要听听这言必出新的年轻世子的说法。”场中。 骤然安静下来。未央稍有沉吟，微笑道：“已在下退之，目下虽无巨浪掀起，水下却必有大动。然两边皆非杨某，此处却不便到来。”红衣世人傲慢的笑容一扫而去。先生以为六国分秦？ 魏国当持何策？未央猛然咀嚼，却没有了酒。侍女飘然飞来，清零斟酒。未央咀嚼饮尽，正色道：“大事不赖众谋，大功不赖联军。六国灭秦不，不若魏国独当。合力虽则势大，然则裂隙亦大。若……” 魏国独对秦国，强力敦促其回迁西部雍城，否则逼迫秦国割让东部十城以保岳阳。若秦都西迁，东部必弱，魏国河西大军可一鼓破之。秦国若割让十城，则秦国沃土尽失，陷入西陲一隅，当有国破之危也。 白发老人未动声色，身体却是轻轻一抖。红衣人揶揄笑道：“如此轻松，要大军何用？”未央冷冷一笑：“先生若不知上兵伐谋,谋为何物，也就罢了。”一副不屑与之再辩的神色。红衣人却非但没有不悦，反倒是爽朗大笑。 中庶子未央果然不凡，佩服。有人高声问道：“这位是中庶子未央，却不知红衣先生何许人也？”世人论政，时下风尚，何须留名？告辞。红衣人起身一拱，大袖挥洒而去。未央默然，又拒绝。 一饮而尽，低头默默思忖着。围观众人见骄傲的红衣人已去，年轻人似乎已经无心论战，便也纷纷散归原处。大厅中一时又静了下来。白发老人悠然道：“公子坚刚严毅，锋锐无匹，画册之精道实是罕见。然算画深刻者，阻力必大。” 王公子以天算为本，徐徐图之。未央猛然抬头，爽朗大笑道：“前辈，我更相信人为。”不想红衣人报出未央名字后，厅中已经议论纷纷。为未央上酒的侍女轻步如飞向后厅飘去。片刻之后。 一个清秀异常的布衣士人来到大厅，此时白发老人正和未央殷殷道别，布衣士人便站在厅口屏风一侧，专注地端详未央。未央送走老人，回身来到自己案前，将一个金饼放到铜盘中，便要出厅，却不想侍女捧着金饼轻柔笑道：“洞香春主人立规。” 客人但有高论，分文不取，敬请先生收回。未央一怔，又爽朗一笑，也不推辞，便将金饼收起。侍女低声笑问：“不知先生明日还来否？”未央酒意犹在，揶揄笑道：“也是分文不取吗？”侍女点头笑答：“也许永远都是。” 未央对着慷慨的回答似感意外，不禁又一阵大笑，径自出厅下楼去了。走到庭院树荫处，却听身后有人道：“先生留步。”未央回头，一个清秀的布衣士人拱手迎来。闻听先生颇通意道，不知肯赐教否？未央惊讶道：“你是何人？如何知我喜欢奇道？” 布衣士人道：“游学士子而已。”安义成对洞香春没有秘密。未央听说是游学士人，不禁释然笑道：“今日无此心思，下次若邂逅相遇，定当就教。”布衣士人道：“洞香春既可手谈，又可广闻博见，先生何不多多光顾？”未央揶揄笑道：“多多光顾。” 东香春薄金如海，只怕成了故光。布衣士人被逗得噗的一笑，忽然孩童般顽皮地笑道：“怕他何来？冻香春其事从来分文不取的。再说，殿东请我谋划雅室改装，特许我有一个好友来访。”未央见他少年般天真，童心忽起，哈哈笑道：“那么我来就说，找这么一个。” 布衣游学，手中比划着他的清秀模样。布衣诗人脸泛红晕，笑道：“用不着，你进门我就知道。”未央笑道：“也好，反正我近日要来一次。”布衣诗人道：“最好后日晚上。”未央笑问：“却是为何？”布衣诗人笑答：“后日。” 我歇工。未央大笑，为人做事，身不由己也。好，我走了。说罢，扬长而去。布衣士人却站在树荫里，静静的望着他的背影，直到未央去远。次日清晨，丞相府刚刚开始洒扫庭除，未央骑着白马驰出城外。 沿着宿水岸边一阵疾驰，他身上已是微微冒汗。放马跑出三十余里，未央走马而回。想到昨夜在洞香村遇到的白发老人，他便不能安宁，总是感到老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看不透的神秘。未央悠然想到古代江上百里奚，甚至自己的老师。 那些年岁高迈却依然心怀天下的大才高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奇人。昨日经他一番点拨，的确有茅塞顿开之感。自己原来何曾想到秦国，何曾想到这样的贫弱之国也可能有所作为？看来自己几年来专注于魏国，潜心于书房，对战国情势已经有所生疏了。董香春，看来还得去。 那里那种赤裸裸的辩驳论战和毫无掩饰的秘文传播，几乎就是一个消息海，一个不同形式的智慧战国。未央相信，再去几次就能决断出自己的出路。想到这里，他眼前浮现出那个俊秀明朗的布衣士人，想到了他孩童般顽皮的笑容和为了手谈的良苦用心，不由噗的笑了出来。 无垠宇宙，茫茫人海，不期而遇一个毫无心机的棋友，也算一件舒心的事儿了。自己在陵园至少还得守一段时间，近日苦读，有时也感到枯燥难耐。若能将这样一个顽皮可人的小棋友邀来消磨消磨，也是快事一桩。突然，他看见宿水南岸码头停泊了一只小船。 船上的红衣人竟好像是昨日在洞香春的辩驳对手。未央眼力极好，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使他不想在此处遇见此人。他圈转码头，直上山坡，隐在树后，向河边观望。南岸边驶来一辆华贵的摇车，车后有一对骑士。 从下车官员的步态看，好像是上将军庞涓。未央没有看错，这正是上将军庞涓为红衣人送行。两人的对话随风飘来，很是清晰。上将军，这辆摇车价值不菲也。先生见笑了，此乃魏王所赐，迎送必得乘坐。庞涓不能违拗王命也。一阵大笑。 上将军，在魏王眼中，你与珠宝何者更重？先生取笑，庞涓不解。先生，法家名士为何定要返回齐国？魏国更需要人才。上将军，慎道志在学功，不在朝堂。魏国若真的需要人才，眼下就有扭转乾坤的巨子，何不启用？啊、哦！ 原来此人竟是名闻天下的慎道，但不知先生所指何人，总该不会是公叔痤荐举的那个未央也。慎道一笑：“上将军请我考教未央，我观此人气宇风骨，决然盘盘大才，他对实际政务的精到深刻，令人惊讶。此人。” 若能在魏国为相，与上将军文武相辅，魏国无可限量也。庞涓大感疑惑。哦，此事来得蹊跷，我亲自考教未央，明见他平庸迂腐，几乎只读儒家之书，何以先生竟认为他是相才？沈道大笑。 安义城三岁孩童都知道，上将军与公叔痤将相不和，未央能相信你吗？九四谈辩，自然是明示本色了。上将军以为如何？庞涓似乎停顿了一阵，又传来声音：“先生放心，庞涓当力保未央入政。”好，如此，我法家将会涌现一个名垂青史的大家了。 先生何以甘心将大卫留给别人？自己不想名垂青史。慎道一阵笑声。任谁都能名垂青史，何如烧了那堆史书？慎道庸庸中才，居相为政平平而已，何须徒然费力？庞涓道：“先生可知未央师承？”慎道说：“慎道向人不问师门。” 唯看真才实学足矣。庞涓道：“多谢先生指教。”告辞。慎道大袖一甩，小船顺水飘然而去。庞涓车骑也林林笼笼的走了。看看小船飘远，车马无影，未央方从山坡下来，一路却是心思翻动。谁能想到，此人竟是慎道？ 谁又能想到，慎道受庞涓之托，找到洞香春考教自己？如此一来，在庞涓面前的一番功夫，岂非弄巧成拙？庞涓何以要这样做？难道他根本就没有相信自己？果然如此，岂非证明庞涓依然在怀疑自己？慎道在庞涓面前将自己如此褒奖，岂不是引得庞涓愈发不能放手？ 庞涓会如何对待自己？想到传闻广泛的庞涓孙膑之间的恩怨故事与庞涓的无情手段，未央不禁心中发紧。庞涓不是公叔痤，永远不可能像公叔痤那样着力举荐自己。庞涓懂得铲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只要他认为你将是他真正的竞争对手。突然。 未央心中一亮，庞涓未必认定自己是潜在对手，但细细琢磨，一时却又吃不准了。凭他对庞涓的体察以及种种关于庞涓的传闻，庞涓自视极高，是极为自信的一个人，未必会因为公叔痤的举荐与甚道的评价而推翻自己的考教。但是，公叔痤与甚道。 都以相人享誉天下，庞涓又岂能对这两个人的话当耳旁清风一阵？一段进城的路，未央磨了整整一个时辰有余，终于打定了主意。六，骑士里的六国角逐。董香春的骑士，永远都是诱人的。 主楼三层靠近庭院园林的一边是安逸人人皆知的养心厅。养心厅者，专供客人文凭手谈之清幽去处也。厅中疏落有致地排列着数十张绿玉案，每案各置做工考究的红木棋屏。北面墙上赫然挂着一方特制的巨大木质棋盘，两侧永远站着两名女棋童。 寻常时日，力元世子们饮酒聚谈、激烈辩驳之后，三三两两地来到养心厅，安然对弈，将那无穷的机谋杀心尽显黑白搏杀之中。若有特殊高手或异者请求，养心厅执事便会布置大盘解说，这时分散对弈的人们便会停下搏杀，仔细品评大盘棋势，遇到精彩处便喝彩叫好。 遇到失算处，便摇头叹息。如果说论战与交流传闻是洞香春的立足根本，那么养心厅的博弈便是洞香春的灵魂。养心厅中最显眼的是大盘下立在玉石架上的一张厚厚的铜板，铜板上刻着八个大字：“连灭六国者，赏万金。”煞是惊人。 战国世子无不知其，棋道杀伐中，世子们每每将对方与自己比作相互交战的两国，一决生死。大厅中常常有诸如“赵国死矣”的叹息，或“楚国得三城”的叫好，便是对双方的大势评判。时日长了，董香春便将这习俗变成了一种奇外的规则，使弈者竞争更加激烈。 译者进厅入座，其童便捧来一个铜鼎，鼎中是刻着字的七大战国与三十余中小诸侯国的圆形铜板。译者伸手抓出一枚铜板，上面的国号便是自己一方的代号。若双方都摸到了大国，围观者便会助兴高喊：“燕楚大战，好！”若一方是大国，而另一方是小诸侯。 人们便会替小诸侯摇头叹息，若小诸侯一方胜了，人们则会加倍的兴奋喊好。若这时厅中恰恰有该国世子，他们便会高兴地请胜利者和客人们饮酒，而且会将这看作是国运的暗示。董香春立下规矩：但有连灭六大战国而统一天下者，赏万金。 然而数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哪怕是连灭三大战国，所以那铜板镌刻的悬赏文告，竟是始终不能拆除。正因为这种博弈规矩与风云动荡的天下大势隐隐暗合，所以那种国运与奇道交相刺激的诱惑，使其他剧谈甚或论战都不能替代的。今日午后。 养心厅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客人，这便是那位面目黧黑的薛国商人一元。他和那个面白如玉的俊仆来到养心厅时，厅中已经有三十余座在捉对儿杀。华贵轩昂的离黑商人微笑着对女执事道：“合作胜多？”女执事恭敬地将黑白主仆领到中间一案前道。 这位先生已连灭三家诸侯，格杀凌厉，无可匹敌。一元拱手微笑道：“在下愿与这位先生对阵，不知先生肯迎战否？”座中中年士人正在独坐饮酒，闻言矜持笑道：“迎战何难，只是须得让子搏杀。”一元爽朗大笑道。 一战若败，再让不迟。中年诗人点头笑道：“然也。”一元回头对执事道：“敢请安置大盘。”女执事兴奋地答应一声，回身向齐同道：“伺候大盘摆案。”片刻之间，养心厅中央单列出一座晶莹碧绿的长案齐平，待双方坐定。 秀丽的女旗童捧来铜鼎，请二人定名。中年士人伸手入鼎，摸出一个铜板，啪的打到岸上，不由兴奋大叫：“好，楚国！”离黑商人摸出一枚铜板一打，却是鲁国。围观者不禁轻轻叹息。中年士人道：“大国让先，请先生执黑棋。”言下之意。 自然是他选了白棋。黎黑商人笑道：“恭敬不如从命了。”便伸手将一枚黑子清脆的打到左上三三位，手位缩回。中年世人已经将一枚白子“啪”的打在右下星位。商人略一思忖，再将一枚黑子打到左下三三位。此时大盘下的棋童已经变成了四个。 两个在木梯上站立，两个在地上站立。棋案前，女执事高声报棋：黑棋左上三三，白棋右下星位；黑棋左下再三三。棋童便将带有短钉的特制棋子摁进所报位置。三手棋一出，大盘下的围观者一阵嗡嗡议论。 大部分是替鲁国叹息，一人高声道：“鲁国守势太过。”年轻商人却是不动声色。随着大盘棋子不断增多，只见楚国形势广阔，鲁国却是抢占了四个大角。中腹一队鲁军正在出逃，显然，鲁军若逃出。 则楚国地势皆失，楚国若擒获鲁军，则灭鲁无疑。养心厅中寂静无声，观者无不为鲁国担心。一个大红长衫的鲁国世子急得额头冒汗，连连搓手。这时，鲁军眼看山穷水尽，却突然掉头攻击楚国不慎整肃的追兵，且一举切断追兵归路。 十余回合击杀，竟将与大本营割裂的一队楚军歼灭。好，鲁国万岁！那个额头冒汗的鲁国士人激动的嘶声大喊，厅中一片鼓掌喊好之声。几个楚国的黄衣世子不禁连声叹息、跺脚唏嘘，如丧考妣一般沉痛。鲁国士人高声喊道。 只是，上酒，每位先生一绝鲁国泰山老酒。片刻之间，一对侍女飘来，每个世子手里都有了一绝红亮亮的泰山美酒。鲁国世人咀嚼笑道：“为鲁国不衰不灭，干！”遵照为胜利者庆贺的规矩，所有人都咀嚼呼应：“为鲁国不衰不灭，干！” 全场一饮而尽。中年士人向年轻商人一拱手道：“先生精通博弈，在下佩服。明日再请赐教。”转过身，又对几个楚国人士深深一躬，大有羞愧之色，匆匆下楼去了。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养心厅已经灯火通明。 兴奋议论的世子们纷纷和黎黑的年轻商人商讨刚才的激战，那个面白如玉的俊仆却只顾站在棋平前凝神沉思。这时，人群中出现了那个化工布衣世子，目光在厅中巡梭，似乎感到失望。突然，他眼睛一亮，快步向大厅门口走来。未央。 出现在养心厅口，依旧一身白衣，凝重飘逸。布衣世子从背后轻轻一拍，低声笑道：“兄台来也。”未央回头一看，高兴的笑道：“如何不成先生？非礼也。”布衣世子笑道：“俗套，手谈友人，自应是兄台了。” 未央亲切微笑道：“甘做小弟，却是亏了。”布衣世子道：“得遇兄台，亏之心安也。”拉了一个长长的尾音。未央不禁大笑：“还真是亏了啊！”转低声音道：“哎，回头到我的山里去守坛，如何？”布衣世子高兴的笑出一脸灿烂。 妙极妙极！未央道：“今日如何首谈？”布衣世子颇为神秘的笑道：“小弟一听执事讲，方才有个大商齐道精湛，灭了楚国。兄台先胜他一局如何？”未央摇摇头笑道：“灭国齐战，那你还是你我消磨了。”布衣世子道：“兄台不知。” 小弟最喜欢看棋，杀败那人，小弟为你庆贺。未央笑道：“输了如何？”布衣世子又露出顽皮的笑容：“小弟为你一哭。”未央不禁哈哈大笑：“好，听你哭。”布衣世子领未央来到中央案前，只见面目黧黑的年轻巨商。 正在若有所思的和他的俊仆摆方才激战过的那盘棋，一边摆一边品评讲解。未央端详有请，笑道：“楚国何其纯也。”主仆抬头，商人笑道：“先生对鲁国不以为然。”未央淡淡一笑，道：“机敏有余，大局不足。”商人揶揄笑道：“如此品评。” 先生定是易道高手了。未央笑道：“尚未见朕，何论高低？”商人豪爽笑道：“可否与先生对弈一局？”未央点头道：“大盘。”商人豪爽道：“大盘。”未央回头笑道：“小弟如何？”布衣世子高兴的上前：“二位请入座，我识得执事，即刻安置。” 说完，轻步走向厅后院门。两人刚刚坐定，侍女便捧上照酒给二人斟起。未央与商人同时咀嚼相向，一饮而尽。也就在这片刻之间，大盘与棋平均已安置妥当，女执事肃然站于长案前三尺处。养心厅世子们也围拢在大盘下，啧啧感叹今日的奇遇。 布衣世子却只站在未央身后，不断打量对面的商人；玉面俊仆站在商人身后，也不断注视对面的未央，眼中大有光彩。齐童捧来铜鼎，请二人定名。商人摸出一个魏“魏”国，厅中顿时哗然喝彩。商人却是一怔，又是淡淡的一笑。 未央随意一摸，却出了一个秦国。围观者不禁一阵叹息。未央心中闪过白发老人，不由自主的大笑起来。敢问先生，笑从何来？商人拱手正色，似乎特别在意对手为秦国的大笑。未央豪,豪气勃发。 人言弱秦，安知不会在我手中变为强秦？商人长长吁了口气：“先生，岂不知我手中的魏国更强大？强弱之势，古无定则，强可变弱，弱可变,弱弱可变强，变化之道，全在人为。安知魏国不会萎缩弱小？” 未央决胜心起，双目炯炯发亮。年轻商人似乎也特别兴奋，慨然道：“秦为弱国，先生请。”未央盯着齐平，也不谦让，一枚黑子“啪”的打到中央天元上。女执事高声报道：“秦国占据天元。”围观者一片哗然，当即一齐聚拢到齐平四周。 黎黑商人惊讶的啊了一声：“先生何等下法？许你重来，莫将秦国儿戏了。”未央很是平静：“中枢之地，辐射四极，雄视八荒，大事之第一要点也。如何儿戏秦国？我若占地，先生之事岂非成空？”商人拈一白子。 打到右下角位，女执事高声报道：“白棋第一手右下三三位。”众人一片赞叹，纷纷点头。未央身后的布衣世子和商人身后的玉面俊仆，却都一齐盯着未央，似乎又紧张又兴奋。未央淡然道：“势无虚势，地无实地，以势取地。” 是长地阔，就地取地；地缩是衰。捻一黑子，啪的打到右边星位。黑棋右手星座。须臾之间，大棋盘上已落九手，黑棋五手均占上下左右中五星位，白棋四子占四方角地。 年轻商人凝视棋盘，看黑子构成了一个纵横天地的大十字，郑色拱手道：“先生行棋，招招高位，全无根基，却是何以将秦国化为实地？莫非有意输掉秦国？”急切之情似乎比对自己的魏国更在心。未央不禁笑道：“岂有此理！” 若有高位，岂无实地？看好你的魏国便是。围观者多有魏人，立即一片呼应：“先上弹下便是，魏国一定要胜。”黑面商人不再说话，开始驱动魏国攻取实地。秦国却是腾挪有致，尽量避免缠斗。几十个回合后。 魏国脚边近战，仔细一看，却都龟缩于三线以下；秦国却是自四线以外围起了广阔深邃的大势，莫名其妙的竟使魏国实地明显落后于秦国。嗡嗡轰,轰轰，养心厅整个骚动起来，魏国的立园世子们急得连连叹息。 故意以议论的口吻高声评点，意图给魏国一点启示和警告。黑面魏国却是不急不躁，沉思默想，突然打进秦国腹地。好！大盘一上子，厅中齐声叫好。布衣世子与玉面俊仆尽皆微微皱眉。秦国。 没有慌乱，却突然向魏国边地切入。魏国若被渗透，实地就有可能被搜刮净尽。思忖良久，魏国只有回兵抵挡，但是如此回防，秦国本有些微缝隙的防线也因此而成了铜墙铁壁。 未央舍弃了渗透魏国边地的零散秦兵，抢得先手，突然向先前打入腹地的魏军发动猛攻。由于秦国骑手占据了中央天元，一队魏军无论向哪个方向逃窜，都被从中央逼向四周的铜墙铁壁。看看数十回合，魏军被四面合围，终于陷入绝境。 养心厅一片愕然，一片沉寂，连叹息声也没有了。好，一声脆亮，布衣世子和玉面俊仆两人不约而同的鼓掌高叫。随着喊好声，一片沉重的叹息声终于嗡嗡轰轰的蔓延开来。魏国运气不佳呀。 此等打法真叫人匪夷所思。秦国有好运喽！往前看吧。黑面商人站起来，肃然拱手：“先生棋道高远，在下输的心服口服。”布衣世子笑吟吟高声问：“在座诸位可有不服吗？”一片掌声。一人高声道。 战国讲究崇尚实力，我等魏人也服了。话音落点，养心厅一阵喊好喝彩。又一人高声道：“这位先生为齐道生辉，可否指点方才棋礼，让我等以开茅塞？”黑面年轻人也拱手笑道：“在下也有此意，愿闻高见。”未央心头又一次。 闪过白发老人的身影，奇怪，如何今日又一次贴近了秦国？对这种蹊跷之事，他素来不以为意，今日却总是挥之不去。眼见厅中人等诚心请教，便抛开思绪，微笑起身。战国风气素来没有多余的自谦客套，胸有见解而遮遮掩掩，会被人大为不齿。 一般名士更是不屑于虚己。未央从容上前，指着墙上的大棋盘道：“围棋之道，天道、人道交合而成也。远古洪荒，大禹疏导，大地现出茫茫原野。于是，大禹立井田之志，化耕地为久久扩大的无限方块，其中沟渠纵横交织。” 民居点点布于其上，变成人间棋局也。后有圣哲，终夜观天，感天中星光点点，大地渠路纵横成方，神往遐思，变成奇想。遥感天上星辰布于地上经纬，当成万千气象之大格局。神思成绩作经纬交织于目上，交叉点置石子而戏。 是有其道之实也，其后攻战征伐、围城夺地，人世生灭愈演愈烈，其道便也有了生杀、攻战、为地、争胜之规则。久而久之，其道成矣。此乃人道、天道交相成而生其道之理也。举座无声，人们仿佛在听一个天外来客的深奥论说。 布衣世子问：“这‘其’何以称之为‘为’？”未央侃侃而论：“人间诸相，天地万物，皆环环相为而生。民被立为，立被官为，官被君为，君被国为，国被天下为，天下被宇宙为，宇宙被造物为，造物。” 最终又被天地万物、芸芸众生之精神为，为之欲大，其势欲大，势大为大，为大势大，此为其道，亦是天道人道。其道圣手，以为地为目标，然必以取势为根基，子子书要，方可成事。世间则为地势弱，则地断。若方才之其。 若秦国处处与魏国纠结缠斗，秦国则难以支撑；若以士为帝，势帝相生，则秦国自胜。因由何在？其若无事，由国家无法度架构也；其若有事，则子子有序，若民有法可依，兵有盈规可循也。 圣手治棋，由明君治国，明将治军也。年轻的黑面商人离席，深深一躬。先生真当世大才，在下五岁学棋，至今已经二十余年，会过无数名家高手，却未闻此等精神见解，更无一人能向先生讲棋而超于棋，将棋道、天道、人道、智道。 融为一体。今日得遇先生，当称三生有幸。不知先生可否与在下做长夜饮？未央笑道：“既逢知音，自当痛饮。”好，请到我居所去。年轻人拉起未央，举步便走。这位先生，不能走。突然间，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厅门口传来。 厅中所有目光都转向了养心厅大门，只见一位待见将军昂昂走来，向未央拱手道：“末将奉公叔夫人之命，请先生回府商议要事。”未央淡然道：“你是公叔府何人？”来者又是昂昂一拱：“末将心到，未能与中庶子相识，尚请见谅。”未央思忖有请。 对年轻商人笑道：“不期相逢，甚感知音。若有机缘，容当后会了。”黑面商人大有遗憾，却也慨然笑道：“高人可遇难求，但愿后会有期。”未央转身对来将道：“走。”举步间。 想到那位颇显天真的布衣小弟想对他道别一声，抬头四望却不见了他的身影，便不再犹豫，大步出厅去了。那个玉面俊仆，怔怔地看着未央背影，轻轻的一声叹息。<这>七，未央、庞涓，至计周旋。 天街之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街，是魏国官员宅邸集中的区域。这里有两座府邸特别显赫，一座是丞相府，另一座便是上将军府。丞相公叔痤已经死了，按照魏国定制，开府丞相死后，其眷属应迁出丞相府，搬到国君赏赐的纯粹住宅。 这种官署与住宅两结合的官邸，应当由继任丞相居住。目下继任丞相虽没有确定，但官场对上将军庞涓出任丞相还是看好的，认为他完全可能同时成为这两座显赫府邸的主人。安邑官场素来以灵动闻名天下，自然是纷纷找出各自的理由来向上将军讨教。 就在这已近午夜的时刻，上将军府前还是高车骏马如流，进进出出不断。上将军庞涓近日也一改平素间疏于应酬的习惯，对任何一个拜访讨教者都热诚指点，愿做学生门客者也欣然接纳。这种兴旺热闹与百步之外悠悠冷清的丞相府是成两端比照。 在这锦绣华贵的长街，现出了一段宦海沧桑。十名铁甲骑士护卫着一辆锃亮的摇车，粼粼驶来。车上的未央却感到不是滋味儿。礼贤下士吗？派来一个啾啾千夫长，保护贵客吗？倒更像是防范他逃走。未央一出洞香春，看到这摇车假士，就揣测到。 自己将要去的地方，他安然上车，也不问为何说到丞相府而不进丞相府。听凭摇车向上将军府驶来，到得车马场，摇车未停，直接驶入西侧门，进入幽静的跨院。千夫长在跨院石门前下车，向未央昂昂拱手道：“到了，先生请下车。”未央跳下车来。 千夫长又向石门前肃立的军力亮出了一支令箭，军力肃然退后一步，两人进入幽静的庭院。庭院正房廊柱下站着一位身穿大红斗篷者，千夫长高声报道：“禀报公子，中庶子未央待到。”廊下红衣人挥挥手，千夫长昂昂而去，红斗篷者大笑迎来。 未央何其风流，竟到洞香春消遣了，妙也。未央淡漠笑道：“公子昂，王族贵胄，竟无居士待客吗？”公子昂又是一阵大笑：“你呀，总是这么俊客。来来来，进去就知因由了。”说着，拉起未央的手，走入烛光明亮的正房。 正房里间是一个精致的小厅，竹简四围，剑架中立，两张长案上已经摆好了顶级酒肉，虚位以待。公子昂亲切笑道：“未央，请入座。”未央也不说话，便坐入南面的客位，公子昂坐了北面的正位，咀嚼笑道：“九位聚首，常怀思念，来，先干一局。 未央淡淡漠漠的笑着咀嚼，两人一饮而尽。公子昂慨然一叹道：“未央，你刚来安邑，我就与你相识也五年了。昂虽说是王族贵胄，可没有将你做小吏看。你是我的高朋益友，我的军师也。我没有难处，你总是能给我谋划出个好办法。否则，我早就被活吞了。来。” 再干！未央笑道：“全数谋划，未央不以为荣，聊作游戏儿，何足道哉？”好，痛快！不过，我还是要还这个人情。第三章，安逸风云。未央一阵大笑，只是不接话题。公子昂继续兴奋的说着：“昔日……” 我也曾举荐你到魏王身边做舍人，锦衣玉食，何等贵气！可你就是不去，跟着老公叔泡了几载书房，这叫名士入世吗？老公叔器重你吗？连个都司徒都不给，最后搪塞，干脆举荐你做丞相，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丞相那么好做，分明戏弄人也，还说不用你就杀了你，老公叔。 何其阴狠！若非魏王睿智通达，你岂非大祸临头？终了如何？你还替他守灵？世上还有个公道吗？公子昂说的慷慨激昂，未央却是面色渐渐阴沉。片刻间，连饮三爵，竭力压制自己胸中翻翻滚滚的愤怒之火。对公子昂这样的人，他能如何说辞？ 此时此地此人，都不是自己应该辩白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忍耐，忍耐。公子昂却是另一番感受，他很是同情未央，很是理解未央的心绪。经他点拨，未央醒悟过来，心里自然不好受。他便咀嚼陪未央连饮了三爵，叹息一声道：“未央啊。” 不要难过，天无绝人之路。今日请你就是好事一桩。上将军庞涓，听我说到你的才具，十分器重，想为你做他的军务司马，直同中大夫，比中庶子那是天上地下了。如何？时来运转也。他讲的兴致盎然，溢出浓浓的施恩救人、了却心愿的快感。 军务司马，直同中大夫，不小。未央淡淡一笑：“有三进宅院，三尺摇车，十名甲士，年俸三千胡也。又悠闲又风光。人云想舒服，中大夫，对吗？”公子昂大笑道：“杨兄啊，你是说透了。再说。” 你到上将军府，对我也好。说到后半句，他压低声音，神秘的一笑。未央摇摇头道：“公子高论，未央不明。”你呀、啊、你，书房真将你给泡淤了。有你在此，这里的事儿我也清楚些许。你放心，有我在。 没有谁敢动你。刹那之间，未央的炯炯目光盯住了公子昂，疏忽之间却又消失，脸上现出淡漠的笑容。公子良苦用心，未央感念不已。只是，未央与这做官无缘，如之奈何？却是为何呀？庭外。 传来浑厚的话音，随之走进一个红衫拖地、长发披肩，显得洒脱随意而又不失气度的人，赫然便是上将军庞涓。公子昂连忙道：“未央，上将军到了，还不见礼？”未央离席而起，躬身屹立道：“中庶子未央参见上将军。”入座,入座，入座。 庞涓坐到横置的长案前，抚着长须，悠然笑道：“未央啊，我的长叔说你博闻强记，六经皆通，公子对你更是大加赞赏。军务繁忙，老夫没有亲自登门求贤，多有得罪，还请见谅了。”未央谦恭道：“央区区小吏，何敢劳上将军大驾？” 未央啊，军务司马可是暂化军机的要职，你何以说与做官无缘？禀上将军，公叔丞相新丧，我正在为师守灵，不宜入室为官。公子昂急切道：“非亲非故，连正宗学生也不是，你何须为他守灵？”公子此言差矣。 公叔丞相教诲五年，待我不薄，未央自当以失礼报之。我儒家素来以孝道为第一大礼，况我守灵为魏王钦点，岂敢半途而废？一番话当真有儒家的认真执拗。公子昂情急道：“那有何难？我向魏王禀明实情，开脱守灵便是。”庞涓。 一直静静的看着未央，向公子昂摇摇手，回头道：“当今名士谁不想建功立业？未央难道不想跟我征战列国，一统天下，名垂青史？三年李进，未央定到军前效力。”未央恭敬的拱手回答。突然，庞涓哈哈大笑道：“未央莫非自命不凡？” 嫌官小职微，小小中庶子未央做了五年，上将军自然知晓。莫非想到他国求职？若去他国，何待今日？公子昂满脸不悦，叹息一声：“唉，上将军，让他自己慢慢参详去也。” 庞涓大度地笑道：“儒家之事多有坚贞，未央尽大孝之礼，名正言顺也。未央，你若守灵期满后能来我军中任职，就算本上将军没有看错你。”未央深深一躬道：“多谢上将军成全。”庞涓一拍手，走进那个昂昂千夫长。庞涓正色命令道。 未央已经是我军务司马，守灵期满后赴任。你带一百名军卒护卫司马，不得出半点差错。末将遵命。千夫长昂昂应命。公子昂抚掌大笑：“上将军求贤有术，真个高明。我看你未央敢不做官。”未央沉吟有请，期期艾艾道。 既然如此，上将军，欲发我奉金吗？庞涓心中顿时一松。当一个人计较官俸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没有威胁了。于是欣然道：“未央所请有礼，司马官俸、车马、府邸，一应从年后发放。”未央诚惶诚恐的一躬：“多谢上将军恩德。” 公子昂一阵大笑道：“你这未央，前拒而后攻，看来是只服上将军也。”未央略带愧色的笑道：“公子见谅，未央原也敬服公子。”庞涓与公子昂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深夜，昂昂千夫长护送未央到丞相府门前，未央谢绝了车马入府。 在幽暗冷清的丞相府门前下了车，望着摇车远去，他怔怔地站在树下，不禁一声沉重的叹息。突然，身后有轻轻笑声，未央一惊，迅速回身，却见那个清秀的布衣世子笑吟吟站在面前。未央生气道：“如何没个正形？” 夜半游魂一般。布衣世子笑道：“你如何不问？你走时，我到何处去了？”未央板着脸道：“你不说，我问你何来？”布衣世子道：“啊，我却知晓，中庶子未央便利为官，成了军务司马，明年就有官俸了。”未央惊讶的一时无对。 思忖间，凛然道：“实言告我，你何许人也？”布衣世子一笑：“无论我是谁，都不会有损兄台丝毫。我来是提醒你一件事。提醒我何事？说。”凶巴巴的，明士都这样吗？未央被他说的有些尴尬，想想。 也是没来由的声色俱厉，不由笑道：“好，向小弟致歉了。请问，要提醒我何事？”哼，像个老儒，还不如凶巴巴。未央不禁哈哈大笑：“哎呀呀，你这小弟难缠的紧，说话别撅着嘴了。”布衣世子看看未央，脸色红布一般。 未央亲切的拍拍他肩膀，莫紧张，有不好的消息吗？布衣世子身子轻轻一抖，又立即镇静下来，道：“兄台，与你对弈的那个大商，是秦国密使。”未央闻言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又是秦国。冻香春的种种巧合，刹那间在他心中闪过。 老人说：“秦国，下棋执秦国对手，又是秦国密使，莫非真是天意？”倏忽间，一阵景物从心头掠过，大有清凉舒畅之感。未央长长出了一口气。无论如何，他至少能明确断定，秦国密使至少对他没有恶意，不会是坏事。突然。 他对这个短暂相识的布衣世子顿觉亲切，双手扶着他的肩膀，释然笑道：“不问你是谁，多谢你了。哎，你身子为何发抖？凉风吹的。”未央说着，解下自己的长衫给布衣世子披在身上。布衣世子微微喘息，略受风寒不打紧。 兄台莫要再去东乡春了，有大传闻，我来告你。又不让我去了，好不去。哎，是否你不在东乡春做了？布衣世子摇摇头笑道：“你本该回陵园了，又牵挂消息不通，解你一难还不好。”未央没有想到这个邂逅的少年这般聪颖，竟然能想到他的处境。 不禁涌上一阵欣慰，轻轻一叹道：“是啊，我不能老在上将军眼皮下转悠，我应当离开，也得好好思谋一番。许多事情我还得想透才是。”布衣世子一拱手笑道：“我走了，长衫还你。”未央笑道：“夏夜凉如水，给我喝来。” 布衣世子又露出那种顽皮的笑容，兄台一见官衣，明日如何出门？未央被他说破，不禁哈哈大笑。你也鬼灵精，我这小吏无车不能送你，不若到我的小屋痛饮手谈一夜如何？布衣世子明亮的眼睛一扑闪，笑道：“董香春近在咫尺。” 我走了。说完，径自匆匆去了。